也侬看了，真的也真的，否则哎，一下子，伊拉用手机好难翻过来。这样啊，我们大家那个帮忙分享一下好吧？因为那个今天，因为我们是全国球迷在关注这场德比。央视啊，对，大家帮忙分享一下，我们争取热度达到2000，好吧？2000我们开始聊。我先帮三哥点一下菜，因为 C 馆没去，我也没去，是吧？好吧。南京球迷来了啊！南京球迷，欢迎江苏球迷啊！欢迎江苏球迷啊！不，他是南京的上港球迷哦，可以可以。一是他是生在上海，后头呢，但是南京人，后头呢十一岁的时候呢，户口迁回南京。哎呀，我觉得不是这个东西很简单。其实江苏球迷跟我们上海球迷，这个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的。嗯，包括我儿子，声音滚。好了，我们家祖上都是江苏人。嗯，我的后生人哇，儿子，搿是很老亲切的，就是讲实际上，包括上次我们去苏州也是，苏州球迷都是帮上港的。这个都是这种亲缘关系、血缘关系，一衣带水的关系。我们明年争取还要去苏州。对不对？你去骂人家苏北狗，那人家肯定要骂你的。你的是叔叔旺点，对吧？那老祖宗自家就是江苏人，侬去骂人家祖上的，对吧？没意思，没必要啊。谢谢。王老吉，可乐先给翔哥弄了嗓子啊，叫了一天了，也累了。那我们给双哥先。我先问大家，现在多少人了？那个看一下，没声音啊。现在是这里有2000，1999，2049，有那么多吗？今天好像有点爆棚了，有点爆棚了这种感觉。明天是周末，今天我先问问大家，这个赛前啊，其实很多上港球迷啊都在预测啊。那我看到或者是比较癫狂的，就是金毅他是预测了一个我们3-0客场赢啊，有没有预测到4-0的？有没有？没有，我们都是两。不能弄啊！阿拉问问啊，球迷同志们啊，有没有4-0的？你预测5-0啊？5-0这个有点乱说。瞎讲了，这个有点乱说了。也，那事实证明也没有乱说。差一点点是吧？打一个蒙住是吧？事实证明也没有乱说。三哥，我要讲一点，我们。就是524里面有一个兄弟，这个人蛮厉害的啊。他就是上半场不是结束的时候，不是我们进了一个球嘛，他跟我说这场比赛4-0，进完球以后，我说1-0，他说不对，他说今天是4-0，下半场还有4个球，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球，这个进了4-0啊，就是。要你这个人，我说出来你肯定认识，就是我们那天天狼星年会主持人，男主持人，周梦海啊，小周，你肯定认识他。你跟我亲眼见证，一亲口嘛，我讲啊，老刘吧，没有我不敢相信他赛前怎么会预测。我帮你补充一下啊，这个球是这样的，他上面1-0，他拍了拍你的肩膀，对啊，他说的，他说翔哥，我看起来啊，这个球可能下半场要崩，你信不信？你信下半场我可能就插播，他是跟你说的对吧？后面你们两个都插播了，对。但后来还看了看盘，524里香，你连罗德人才济济啊，这个都被翻已经讲准了，这个波胆都给他讲准了，确实厉害。不是，的确是上半场是看了以后发觉就是，申花队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哪能会得嘎差了？那我们不要，就是王小二过年，我们一年不如一年，不要去嘲讽啊，我们先不嘲讽，我们客观分析，客观分析，我们先来评评球啊，这场比赛，就是说，那不能缺德吗？4-0的这个比分呢，的确是有点夸张，对不对？尤其呢是在虹口啊，虹口已经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家打了一个4-0，打过人家4-0。当然，打到人家8-0也打过来，对吧？对吧？但是我记得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个失利的话呢，0-3有的，对吧？1-4输给恒大有的。去年那个超马杯。超马杯啊，1-4。0-4。0-4，0-4。没进过球，没进过球。0-4啊。反正每年第一场都是被人家干0-4。哦，我操！这习惯性崩盘。去年第一场是超马杯。被恒大干了4-0，是0-4吗？没进球吗？啊，没进球。今年第一场是跟上港，也是干了4-0。明年希望申花跟上港还是第一场。有很多人说1-4，是1-4嘛？我没记错。我老子还看不看？
小林啊，现在哦，我讲侬听啊，女朋友不行哦，就只会得瞎塞胡事，我想。要又瞎讲了，就是。侬经常又瞎讲了，我经常就跟明明。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讲。交流好吧。侬闲话不要多，这些三姑帮侬介绍女朋友。啊，好吧。谢谢。你看现在先听三姑讲。那明明。那我欢喜夏洛特宝宝，我看到微博。哎，那闲话不要多，闲话不要多，快听听听三姑讲。啊，哎，又来了。来。那今天这个球看得爽啊！来，我们在直播，来一起，大家一起来聊聊，来，坐，啊，开心啊，开心吧，啊，听三哥说啊，就是这个球呢，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呢，可以，申花队呢，啊，嗯，怎么会输那么惨？还没有吴金贵在的时候啊。这个战术清晰啊，那是我们不嘲讽啊，我们没嘲讽呀，没嘲讽，我们是从实事求是啊。还是吴金贵好？不是，他今天是什么样的战术？到底，嗯，对不对？防反不像防反，就是说一种，就是说最最初级的一个打法，就是类似于就是说U17、U19的这种打法，就是后场拿到球，一脚往前掉，然后的话呢，这个呢，掉给伊哈洛呢，嗯，就算伊哈洛拿到球了呢，也基本上没有拿到球，但是有一两次伊哈洛是拿到球了，但是拿到球呢，嗯，也没有后续的战术，也没有人跟进，对不对？也没有拉边啊，也没有什么。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场球啊，就是说这战术很不明确啊，与其说上港打得好，还不如说申花打得太差了。哦。对不对？因为我不是上港打得好，就是上港呢，就是说体现出了一种，就是说，非常成熟的一个，就是正常踢啊，就是说非常成熟啊。你就是说，正常进攻，我打三位，对不对？嗯。那么我之前是说过的，我认为呢，就是说打申花呢，打三中卫呢，不太合适，嗯，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我认为呢，申花呢还是有一些地面的。那个价钱不一样。嗯，然后呢，申花呢又是可以打一些高球的，所以说你打三中卫的话呢，你会有可能会把两个边啊放给这个放给曹云定他们啊，从今天的这个上半场来看的话呢，的确呢，申花左边呢是打出了一些东西，他的左路是打出了，但是呢，他的左路的打出的东西呢，嗯，也是代价是相当大的，就是说他左路他海尔兄弟啊。两个人啊，他的攻击力呢？海尔兄弟是谁啊？哦，就是那个曹云定和白家俊，就两个那个他们手机屏幕了，像两个。海尔兄弟还是什么？打赢了两把。他们攻击上还是能打出点东西，但是这个是牺牲太大了。他对防守啊，就是说，我很明显就是说，我们这个右路啊，是打得要比他们的左路要打得好。对，也就是说，你来攻我也来攻，对不对？但你攻上来，你回不回去？但我攻上来，我回得回来。对，所以说这个在右路的这个问题上，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傅欢的这个作用啊少一点，因为什么呢？的确他左路还是有点力道的，所以傅欢需要分一些精力在防守上。嗯，但是他的右路啊，一如既往的就是啊，就如果说你说是我们今天可以说了，申花现在是一个菜鸡队啊，申花。就是季宇阳其实说的很最正确的，嗯，申花就是一支烂队，这句话说的没错，嗯，这季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嗯，也不是三哥说的，是季宇阳老师。你别说，其实申花就是一支烂队。他们上半场的战术其实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下半场已经绷不住了。他淋漓尽致，但是他没有右路啊，他没有右路啊，那为什么会右边会上个战一零？很奇怪，他的右路让战一零和徐有刚两个人来打，这两个人不行啊。不管从个人能力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说你这两个人肯定是不行。一个是战一零是九叔战阵，对不对？徐有刚呢也是刚刚上来的话好像还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他去年还进了很大一个球啊，不是他徐有刚的特点还是在防守上啊，他的主要的特点在防守上，他的那个在攻击上的话，他是比不上百家俊和曹云定这一路配合的，然后让这右路就彻底没有了。嗯，然后呢，反观我们的左路进攻呢，奥斯卡和王申超呢，啊，可以说是打得活得不得了。对啊，就是说王申超基本上是把他们那个左路打爆的。因为王申超他现在啊，他打到左路啊，我发觉那这个王我首先是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的中超联赛有一个新的一个规矩，就是说每轮赛后啊会评选八十强，
啊，就是发挥的最好的80个球员，每一轮啊，每一轮 啊，这里面包括外援也包括国内球员。嗯，他这做这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前80名表现好的球员呢，他是为了就是国家队争到打个底。哦，就说如果你持续的就一直进入80强的话，那说明你的确是状态也好，实力也有。嗯嗯。那我认为啊，就是说我可以很确定啊，王申超是这一轮肯定能进入80强的。嗯，的确他在左路啊，跟奥斯卡两个人，因为他王申超不是以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奥斯卡拿球以后他从奥斯卡身后套边然后去拿球传中，他不是了。嗯，王申超自己也内切了。然后就变成了他和奥斯卡两个人的走路啊，就打活了，知道吧？谁的位置好，谁去内切，嗯，一个接应，一个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然后就让这个申花的，哎呦，战一零，我觉得就算了。这个呢，静静静静静一下，静一下。不能这么说，这个静一下也是根本激励出来，还红颜。但是他出来以后自己没管好，上他为什么不上包念青？我在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么说？就是说，根宝基地出来的就不能说他球臭，不止一那不是我们要说，我们先要想想徐根徐指导带的那批人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就离开了徐指导以后，为什么到了申花队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为什么到了上港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同样是这批人，同样是徐指导培养的，他为什么会变成那么烂？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就是管理上面有问题。啊，管理上是肯定是，对吧？发是有点问题，尤其是你看今天到最后的20分钟啊，就崩盘，崩了，崩了，崩了，完全。他这个70分钟体力啊，还是没有解决，只能打70分钟。照理来说，他冬训比我们多3个礼拜，对，应该是状态肯定是比我们好。西兰花有吗？西兰花没有。啊，算了，有没有什么大草花？没有。怎么可以没有西兰花？可以没有蛋炒饭？哎，问一下有没有蛋炒饭？哎，你继续啊！他这个体能状态也不行啊！我今天我总体的感觉，其实上港今天还是一开始的打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说快速通过中场，并没有像以前就是浩克在的情况下啊，控啊，就是说中场控制在手里。是的，就上港基本上是快速通过中场，然后直接打身后。嗯。靠前面两个人的交叉换位啊，就是李文俊和埃尔克森啊，就是说当一个人拿到球的话，另外一个从另一侧去包，就但是今天上港其实还是偏防守多一点啊，但三中卫的阵型对不对？然后两个边打的活，就其实并没有想跟他拼中场，嗯，可好像我觉得申花拱手把中场让出来了，对，瓜林一波五。完全没有，我说老实话，我希望有申花球迷要听现在在听我说，有很多申花球迷，我现在评价申花，我现在评价申花今天的表现，我是非常客观的，客观理性的，我没有任何嘲讽，没有哎，没有那个贬低的意思。瓜林绝对是一泡五，孙世林是能力问题，腰不厉害，腰不好，腰不好，孙世林他是能力问题，但瓜林其实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嗯，完全就是长，就是说控制不住，在中场上起不到一个这个调节阀的作用。多了辈子。然后呢，任由什么呢？任由奥斯卡呢，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你就派一个人盯死奥斯卡，盯着他就行了嘛，对不对？或者就是你就派孙世林，你啥事都别干。嗯。你不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种战术还不简单吗？对啊，对吧？是不是弗洛雷斯花帅太高级了呢？他不愿意去打这种初级战术呢？不，我不是我。而且弗洛雷斯赛前他发布会的时候，就昨天啊，嗯，他有句话的，他说我不想一下子把我所有的东西，就说灌输给我的球员。我操了，他要慢慢给让他们理解。他说他们理解能力很强，但是我要慢慢给他灌输。冬训训到现在这么多长时间了，上港队只训了22天，他们训了那么长时间还没灌输完。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教练冬训辰光够长了，对不对？嗯，那该磨合的应该。去年我们佩雷拉说没有时间合练，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来的仓促，对不对？没冬训时间太短，对球员也不带啊，不了解。你这现在你这个冬训这么长时间，对不对？而且基本上像申花去年的表现，他肯定是提前进入冬训的，对不对？那不是。啊，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今天比赛的这个两个队啊，都可以提前进入冬训。
香港队，香港队因为已经完成全年的任务了，拿了个超级杯，啊、对吧？客场又拿了是赢了申花，完全是完成任务了。可以说今年可以超水平，可以预料到交掉了最也困难的，不是最重要的两场比赛都拿下了、啊，对不对？后面也许还有更重要的比赛，但现在不知道。你还没还有到争冠的最后时刻啊，对啊，对吧？对，你说可能什么主场打恒大，客场打国安是很重要，但现在你说不出来、啊，对不对？还没到这个程度、啊，对不对？对对。今天因为恒大，我们也看到恒大也3-0啊，砍瓜切菜，嗯、把天津那个二队把他。他们这个是练习赛啊，训练赛，内部训练赛，啊、就是国脚内部训练赛，啊、国家集训队一队，对、啊，内部训练赛啊，好这样的。啊，另外那个国安也赢了，国安1-0，对吧？武汉，然后那个山东也赢了，就是四强啊，所谓的四强都赢了，别克四都赢了，打 F 四，现在联赛排行榜三个先，我们的战斗力现在联赛排行榜都赢的内容不一样啊，对对对，我们可是客场啊，哦，我们客场赢的。啊，我们是客场赢的啊，国安也是，国安也客场，但国安只赢了一个，打申斑马只赢了一个。武汉，武汉升班马也不差的。他记得不是踢得不好。这个话题来了 我就想说，以今天申花这样的表现啊，我个人啊是非常忧心忡忡的。为什么？他要保级，他怎么？武汉申花，申花这样踢要保级，申花这样的是肯定要保级。啊、今年他肯定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就一点含金量都没有，一点内容都没有。啊！我今天晚上我是睡不着的。这个手机再来一个，那我们给三哥来放一罐。啊，我有，没事。还有一个人，对，一人一罐。没了。嗯、我会去想是怎么办。哎呦，我会想到天亮，我睡不着。不是，人家不是五星级说了吗？申花再行动，上港怎么办？你现在是反过来的。哎，对，我本来今天的申花要保级。我本来想今天的标题起成什么呢？起成就是说虹口4-0，申花怎么办？啊！后来我想想，这也太伤你啊，太直白了，就是说啊。所以当雄鹰遇见了菜鸡，那个更伤人。但是实事求是，话出理不出，申花球迷话糙理不糙。你们要搞清楚，我是非常实事求是的说了这句话。对，今天两个队的表现，申花的赛程啊，就是鹰与菜鸡的这个。这个今天的两个队的表现，红叶嘛，就上港基本上就是说，很多人都说了嘛，我让你一个狙，让了你一个炮，啊，还让了半场伤了一个，我还让了你一个士，哦，等于十颗啊，对吧？而且上了一个对阵，在棋盘上的话，浩克有是不是狙的作用？对，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直来直去的，对吧？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吴磊啊，吴磊是不是炮手？对不对？是让你一个炮，对不对？对。然后我们石科是不是是保护对吧？保护老帅的，我让了一个狙，让了一个炮，让了一个士，基本上是全主力。虽然唐蒙这个呆逼他妈的，我也唐蒙今天是唐蒙的啊，不，今天是谁解说？唐蒙和刘越，五星是唐蒙。哦，今天五星是因为我们没看。唐蒙居然今天在这个电视里说什么啊？他说怎么说的？唐蒙申花的阵容没达到最强的阵容，因为他说还有谁没上？朱晨杰。刘若凡、蒋胜龙被抽掉了。刘若凡被抽掉了。他们刘若凡没提，他说朱晨杰和蒋胜龙被抽掉到。国奥，所以他说这不是最强的申花。目前理由怎么讲好了吧？两个才能三廿岁的小人，没廿岁啊，伊拉是00年啊，对，19岁对吧？两个19岁的小人没上，伊讲才能伊讲搿是伊讲这不是最强的申花。我那么下趟侬说家就是啥？三个外援打了才能跟包，打了跟包19来踢不好了，这是最强申花了。他们是瞎讲嘛，对吧？三哥，我今天要庆幸啊，就是说我们这两位小将，就是刘若凡、蒋胜龙。朱晨杰包括周俊成他们这个小朋友没上。如果今天上的是小朋友，第一让小朋友背锅，第二对他们自信心也是很大的打击。我们还是从保护他们的这个角度，还是不要上好这种残酷德比啦，还是让战一林上吧，啊，还是让力鹏上吧，还是让那个我们红牌罚下的这位那听听高翔了啊，这个逻辑是啥逻辑？我帮他理清上啊。你就讲要让申花9900那帮小孩子保持着对上港的必胜信心，对吧？对吧？那等于是搿只逻辑。没说必胜啊，就是说不要让他受太大的伤害，毕竟还是温室里的花朵啊。还我是忍心看到他们
最后流着眼泪下场，我人没不会有今朝的其他我看到生活的天人可能了，我其实是觉得没做你了，那个没写过啊，就看真的是没写过啊。为啥呢？就看申花球迷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对吧？那个每年嘛套票那么贵，对吧？然后呢还要看那么臭的比赛啊，那么烂的队，对吧？还要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还要扛出肩周炎，扛出肩周炎，吴晓辉还不报销医药费，对吧？然后还要继续忽悠，吴晓辉还忽悠啊，上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啊，我们要争取要进亚冠啊，要怎么样，一直在忽悠这批什么球迷，确实是没有做你的。看到这些生活球迷了，不错误了，离场嘛啊，有气无力，对吧？今天说实话上周率也不太高，就是还可以，但是没有不像以前的德比那种全部坐满那种状态，就是稀稀拉拉的，稀稀拉拉的。而且呢今天在组队区啊，有很多我们上港球迷都亮灯了，对吧？你们可能转播里没看到，我们现场看到很多都亮灯了。吃啥我啊？没吃啥，没打啊。因为伊拉在外头了，你四比零了再亮灯，87分钟了再亮灯嘛。所以伊拉没兴趣再去打了，而且老怕在了海，而且蔡宝剑刚刚爬着助理进气鬼，对吧？大家就晓得今朝特别，搿趟是管了蛮，蛮严格，搿趟是管了蛮严格的，就是重点比赛，就今年，今年啊，上海有四场重点赛事，都是一级戒备，哪四场？一个是两场德比，还有一场对申花对江苏，还有一场申花对广。哎，你就懂了。反正跟申花搭边的比赛就是重点的，所以呢，申花球迷一旦闹事，后果就是进气，所以伊拉也落着了，也不管到底，所以阿拉也没人，也没发生这种很激烈的冲突。德比呢是赢了啊，我还是要说呢，就是说我们呢还是要掌握一点，对不对？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谦虚使人进步。对吧？我一直很谦虚的。申花球迷呢，他这个群体呢，他的最大的利器呢，在于哪里呢？就明明是已经老丑了，但是还是洗老卵。哎呀，搿个我真的是勿欢喜。就是眼睛叫啊，勿看过。有一句上海话形容得很好，叫“辣里头你自家欢喜”。哎，辣里头你自家欢喜，阿拉也是，阿拉也是，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我今天是没有去客场，对吧？那个不是没有票。而是呢，这个票呢，我以前跟翔哥说过，我在直播里也说过的。这个票呢是主队票。啊，那我想去主队。啊，我不想去主队。我想去客队。为什么我不想去主队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球迷去主队。而是我每一次呢去了这个，在主队啊。很压抑。啊，是吧？我就一直感觉到啊，就是说我们上港跟申花的不足之处。啊，什么不足之处？啊，你们赢了啊！都在说，刚才翔哥说了很多，哎呀，来不着喜，哎呀，生活真特别。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还有地方不如生活。就我每一次去虹口的主队区，我看到的景象，我不想再看到，因为每一次我就觉得啊，我们这个球迷，他们的散客要比我们的散客就是更投入，对，要更融入这个比赛。因为我自己是散客。对，我也一直我们要承认啊，我也一直就是说希望上港的散客可以成长，也能。但是呢，上港的散客呢，就是啥呢？哎呀，在场下啊，啊老乱了，哎呀，网络高头，哎呦，老乱，来了群里向骂啊，哎呦，十娘倒逼啊，哎呦，到了现场才说脱了，是吧？侬到了八万人里向，不嗨不叫，侬比得上申花的散客吧？我就想问问看个，看直播的搿眼散客，人家撑到90分钟，不管输也好，赢也好，立了海。哦，不会是无雷的，刚落了。跟侬哪看到的呀？这个是比较，对不对？哪个坐下来的？申花球迷，他们还全部穿球迷衣服啊，全部是装备带齐的。对的，这个我们对不对？就连散客都是穿申花球迷，所以我就不想去虹口再去看到这个景象。我每次看到我心痛不舒服。我认为我们球迷文化没长进，对啊，散客觉得哎呀老，阿拉散客老绿，因为做散客不加球迷会啊。往往是什么？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心理。对，就啥人会讲？我趁呢，我干啥球迷会了？我趁呢，我自个一家看球，我不要太老乱。但是啊，对，没错，可以啊，侬可以老乱。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球迷文化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包括在国外看球也是的，散客、其实一个主场的氛围，主要不是靠球迷会，主要是靠散客。散客啊啊，因为球迷会。最多就起个头，比如说我们唱一首歌，一起的鼓地也靠，要全场呼应的，不是光球迷会这几千个人在喊，
要全场几万个人才，就像诺盘普一样的，对吧？这种气势大家一起喊了以后，你才会有种震撼的感觉。如果九零我有个几个人来喊，没有。我相信今天的这个我们算远征军啊，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每一次因为球队们也比较争气，对不对？那你们去虹口的远征军啊，是感觉也是越来越好。在这个呐喊声上啊，我电视里也听得很清楚，是吧？是基本上是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基本上全场、啊、你们唱全场了，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唱全场啊！我儿子三岁的儿子在那边也唱，也会唱啊。我的为了梦想，为了他已经会唱了这首歌 啊，他就跟着三哥伴我左右啊，就是跟着电。啊跟着电视机，跟着你们三岁就会唱了。三哥帮我左右，我等有空我拍个视频，拍个视频啊，可以。哎，我问一下，我插个，因为我们是没有看，你是全场都看了。嗯，我们中间在喊那个吴金贵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哦，这没听到，这没听到。我们在喊李帅加油，听到了。我们来李帅加油。喊到4-0的时候再喊李帅，对吧？嗯、对李帅加油！我们喊吴金贵，他们鸦雀无声啊，申花球迷。我们喊李帅加油，李帅看都不看我们，这个有点不看的啊，看都不看我们，气死了！这是中国人的特色，知道你在讽刺啊。啊，这样，你要外国人家说，哎，这个球迷还真的有文化，还来给我们加油，对不对？对啊，我看到你们，我看到你们在刚才在说的一些问题啊，我首先来解释啊，就是说。我们呢，基本上我都是在说呢，平时我都是在说呢，就是说你们呢，平时在网络上啊，他们其实啊发了很多的，每次发挥都很好的，嗯，听三哥讲。发了很多的这个言论啊，来嘲讽隔壁的球迷，说他们呢是邪教分子啊，说他们极端什么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邪教的这个东西呢，你也要看。在球场里的话啊，我们也包括今天我在群里也看到一些啊发的照片啊，说这个申花球迷啊赤了膊啊在那边啊怎么样？我今天也赤膊了，那我觉得这个赤膊啊，我们上港啊，我们这位兄弟也赤膊了，我们上港赤膊的人啊少了点，对对不对？啊，你说在球场里的激进。这样子就算，如果就这个样子就算邪教分子的话，那我身边这个可能就是上港邪教分子的头，对不对？我是他的跟班护法。你今天没脱，这不是这样。我为什么是你的跟班护法？因为我每天上下班坐地铁，我都穿着风雨衣和球衣的。哦，老了，这一点值得表扬一下。嗯。因为上港现在我不管你边上有多少申花的粉丝，对对对，我住的区域申花粉丝很多的，但是我依然在这。三哥说了，我记得有一次你说我被人家冷落了，但是我很骄傲，我是一个上港的粉丝。对，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马路上看到很多申花的标的车，上港也可以贴啊，不是说我贴了标我就是邪教，相反你是爱自己的球队嘛，对，就要表达出来，不要那么就是很那个激进，我们说啊，不是不要过于的那个过于，而且我之前他为什么不贴？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没拿到冠军，对吧？拿了冠军以后，我车上全部贴上，前面后面全部贴上，上港是冠军。我上次那个车标搞得不好，啊，雨一大了，全部贴上，而且是带新的，带新的。翔哥是知道的，我始终是想在鼓吹一个始终文化。对对 对，在球迷群里。哎，你曾经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啊，嗯。你给我们球迷分过初级球迷，啊，这个后来是中级球迷，高级球迷，对吧？啊，那不能做四档骨灰四档 啊！我们现在是今天去了客场了，我们都已经变成了这个，这不能说初级高级，我们让三哥应该说什么分？我们这个叫叫我们让三哥 senior，我们让三哥吃一会儿，我来补充一下。好，我们对小刘，哎，这股切底，我们让小刘说帮忙啊！等一下，我还是要把，啊，我刚才先让三哥说完，啊，我还是要把刚才想说的说完。这些话呢，不吐不快。我想每一次德比，我会反复的说，嗯，就是说，当我们去看申花球迷，我们在批评他们是邪教分子，说他们极端的时候，那么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却往往会陷入理性的坑啊，一个误区，太理性了。对吧？在球场里其实是需要疯癫一下，你不能太理性，对吧？你说这样子，他这么激进啊，在球场里啊，吃着脖啊，疯狂呐喊，你说这个是邪教分子？那么我们是不是八万人在这坐着，一人泡杯茶，一人拿把扇子，全部坐着看呢？
对不对？这样不挺好吗？对不对？照你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照你的逻辑，他们都是邪教，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那么就都有一个对吧？啊，云淡风轻的感觉，是这样吗？笑看风云，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对吧？反正笑看风云，人人都像我们八万人二楼看台二楼散客看台那个样子，这上岗怎么活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这个事情啊，你也得啊、然后呢，就是说把大量的精力啊、放在啊。就是在怎么说呢，就在网络上怎么啊那磨啊丑啊，结果把人家沈宁律师勾出来啊，来给你来一句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啊，对不对？真正的战斗力在场上，在球场里，对，不在网上啊，这要搞清楚。一个球迷啊，你真的是你真正是赤胆忠心为了球队奉献的，就是在球场里的呐喊和助威。这是我想说的啊。好了，这个小刘来啊，小刘上次我们上次我们在苏州，他有爆料，他说耳朵不好，耳朵不好，他要给我们抱一抱。嗯，三哥吃一点。好啊啊，这个绑着明明的对吧？这绑着明明了啊，两个都在那。没，不要跟私人谈了，有点讲有没有手牵手？不，这种公众场合不聊这种。我们聊一点。我和你转过来，转过来啊，没关系啊，没有就可能没关系，来一点。好，各位好。大家知道的，我在上港球迷之前是国际队球迷，是于海的老国际，是于海的那个忠实粉丝，始终是青年相随。你要爆个料，我今天就爆海哥的料。上次我们在那个1月28号，也就是球迷日开放的那天活动，翔哥还记得吧？我发给你一段很短的视频，我就问了海哥一个问题，海哥然后当时说这个不是用说，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你问了什么问题？现在可以说了，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充电宝对他伤势恢复的，哎，对一些神奇的药物，我知道一点点啊，就是说一点点，他的脚不是被那个踢国足的时候受伤了吗？踢国足了，那个受伤是哪个比赛？跟什么约旦还是什么卡？哎呦，在南京吗？我们在现场啊，对啊，在南京，不是，跟那个印度啊，印度，他是这个什么、啊、什么半月板撕裂，我不是很懂啊，你球迷会有知道的这个卡扎尔在印度。印度对，在南京，在南京受伤，本来号称要三个月才能恢复的，对吧？如果从十一月份到那个照这个之前，于海是今年是不能去参加冬训的，哦，对吧？按照这个时间，要三个月，他冬训是两月份啊，他三个月时间其实是不到的。啊、那他怎么会充电宝这么厉害呢？充电宝厉害的时候，他不仅会西医，他还会中医啊。他还会中医，充电宝会中医的，对，会简单的针灸推拿 啊。哎呦，这个就很有意思，中西结合。对，我们的祖国呢，不好意思啊，各位有点咳嗽，没地，5000年，我们的那个《本草纲目》是吧？云南白药，这个成分对于恢复伤势是很有关系的，那个广东那边呢，以前那个跌打红花油里面呢，有一点这种成分的。为什么老广东治疗什么那个推拿损伤、肩关劳损这种东西特别快？云南白药和藏红花油有一定的关系的。爱度学了一点里面的东西。哎呦，那你可以跟爱度说啊，还有我们推油时候用的精油啊。啊，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讲这个又怎么了？推油都出来了，推油。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说了他腿为什么这么快，他只给我使了一点点眼神，那个你说什么腿那么快？就他脚恢复啊，就为什么脚恢复那么快啊？是中西结合啊。不好意思啊，给我喝口水。哎，喝口水，今天辛苦了。第二个事情，本来呢海哥是87年的，大家知道了，今年他已经满32周岁，其实是33周岁，33岁嘛，中国人说虚岁，虽然岁数多岁，打开你感觉对吧？应该算是进入职业生涯的晚期了吧？三哥，对，按照海哥这样的话，差不多36岁了，35、36岁，那个还两三年，本来呢，海哥有可能呢，准备退役，或者是他想回贵州去，这个是私下有几个经纪人，还有那个。一些跟踪记者说的，那个三票粉和那个曲小游曾经是说过，但是不确认啊。但是从某些经纪人之前呢，据说海哥是要去回贵州的，
后来俱乐部等一下，哎，回贵州是什么概念？他原来是从那个贵州，贵州人和出来，对对对，他是他在贵州踢过球，是的确是没有错。这个踢过球，他并不是贵州人呐、啊。他不是贵州，他是陕西人。啊、为什么、啊、这个事情就很复杂。不是、啊、不是陕西，河南。不，他是西安人，海哥是西安人。不是西安，他是泡馍娃，从小长大。泡馍娃是对西安的简称。为什么最后？他是那个陕西那边。我对。那个他只是在贵州踢过球而已啊。贵州踢完以后，他又去是普甲还是荷甲浏阳三年？对，浏阳的。对，好像是荷甲吧，就还是普甲。反正浏阳三年回来以后，海哥之所以能够保持那个，就是现在能力还这么好，跟他这个浏阳三年很有关系。这个训练强度绝对比我们差不多了。然后就是曲小游和那个张票粉之前是爆出他肯定要去回贵州，为什么呢？海哥当年去仁和的一个经纪人跟他关系蛮好的、啊、但具体是谁这个不能说、啊、人家也没讲、啊、反正就是主动意思说叫于海就是回贵州，可能薪资会比上岗稍微高一点，高一点点，高了不多、嗯、啊。但是贵州不是降级了吗？贵州降级我知道，中甲呀，他去踢中甲，他去踢中甲。再后来呢，海哥想想踢中甲可能没意思，亚冠也踢不上、而且呢按照我港性格的球员呢，包括于海这种呢，他们都是有一定拼劲的，不愿意就是养老，你知道吧？哦、不愿意像某些人在某队，对吧？那个什么停走两步停三步这种，还要下发预备队，这个事情我也做不出来。啊、我要是我们单位给我一个养老的职位，我也不做。就不敬业，不敬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海哥还是很厉害那。那我说实话，我也不愿意。那我现在最好希望海哥后面三年呢，最好不要受伤。哦，因为他的两个膝盖。确实受过很重的，他再受伤可能就真的要退役了、哦、不能再伤。我这个补充就补充到这，我们让三哥翔哥继续讲。好好好，刚刚三哥也吃了一点，吃了一点，好吧。啊，等一下，我要给他。哎呦，今天不得了，一万一了，一万一啊！比我们上次小刘这个故事讲完了啊，这个我等一下我也要爆个料，三哥啊，我等一下也要爆个料，为什么今天能四比零？不，我还是想知道明明有没有去。哎，明明的事情就不讲了呀，明明去了，明明去了啊。明明就在我们后上面两排，就坐在他后面啊，就坐在我后面啊。哎、你要了解什么？所以他今天表现很积极。明明看着他这么快乐的日子，为什么跑来跟我们做直播呢？明明要上晚班啊、哦，送他去医院，已经上班了，我们所以才能开始陪他上班。这个、这个群里就不聊这个事情了，好吧？很尴尬的，好吧？不行，这女孩要追到底啊！你、追到底，我们这个群里面。还抢人家饭碗，把孟非的饭碗怎么抢了？不是，我们要抢非诚勿扰的饭碗。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觉得三哥讲的很对的。如果五二四的男球迷和那个拉瓦的女球迷啊，喜结良缘的话，这也是天狼星的一段佳话吧。啊，对吧？诺诺诺诺在不在看？诺诺肯定在看啊，应该是可以认可我这句话，对吧？但以我现在这个功力，对于人家有点困难，我觉得。对，你还有点自知之明。你要跟三哥好好学一学。真的，三哥给你出点好。三哥伴我左右。啊。啊，三哥站在我的身后，三哥伴我左右。啊，有事情找三哥。先点赞一下天狼星啊。这个看到了这个，包括上次超级杯之前的你们的宣传海报啊，哦，原来在这一块的话呢，可以说蝙蝠因为有大王在，动画大王啊 是遥遥领先的啊，遥遥领先。但是这次看到天狼星的海报啊，也是做的相当不错、哦、啊，非常用心的啊。这个我看到所有人看到的都觉得很提气啊，说明这个今年天狼星的。这个宣传，我说到现在，我还是在围绕着球迷文化在说啊、球迷文化啊，等一下我们再说比赛的事情，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宣传，等一下我有重大爆料啊，给大家报一下，是不是现在宣传口子是张宝仔在负责吗？不是，现在我们今年有新的团队啊，新的团队下面又有新的在做这个事情，嗯，我觉得。我自己也感觉就是他们做的比较用心啊，做对，蛮好的，蛮好的啊，是这个是正道，对不对？上港跟申花，对吧？那个百年死敌，我早百年死敌、啊，就他也死不了，我们也死不了啊！但你要靠比赛来打死他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踢再多的四比零啊，没有用，你不会叫他们还是在。要跟你搞下去的，甚至于我可以说，是吧？就是有朝一日他降级了，嗯，他也不会散，
他的球迷哦，就是降级了也不会啊，他的也不会那个。就是现在就踢成这个样子了，啊、今天还在虹口穿着蓝衣服在喊，在喊呐。对对对，在人也蛮多的。这批球迷、啊，他不会走。对对对，啊，这不会走，不是神奇球迷，啊、不是神奇球迷，这肯定神奇球迷早就走了，这不肯定早就不看了、啊。这么差的比赛，神奇球迷、就是、老这么亏了。就是你们口中的这些邪教分子、嗯、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其实对于这个。球队的这份赤诚，对，是不得不肯定的，对，对不对？我也希望我们，当然我们这次提高也是，我们的成长要比他快得多得多，因为我们是只有时间短啊，那在短时间内能达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当然这个人家是经过二十多年了、啊，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球队呢也很争气，对不 对, 对, 对啊？大哥，我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啊？你有申花的球迷，你也有上港的球迷，嗯，对吧？有啊，你有没有受到过？蓝魔、蓝宝这些那边隔壁球迷的策反，策反，人家叫你去看上申花，不要看上港，有吧？哦，这个是一直有啊，一直有啊，一直有，人家一直叫你去看申花，对吧？啊，申花厉害，申花我为什么是不是就是问题？他不是说申花厉害，申花球迷我基本上对我的策反就是说，他们会说你一个上海人，对吧？啊，这个看上去嘛，也要平时也蛮时尚的，啊、老看了，对对老看了啊！那男的我在记住上港球迷，那上港不都是外地人吗？嗯，发迷发油啊！我申花球迷群体啊，他由于这种宣传啊，就是其实啊，我们说，我很客观的说啊，两边都在妖魔化对方，啊、我们也有妖魔化对方，嗯，他们也在妖魔化，我们的妖魔化对方，刚刚那些哪里到今天为止还在说，干了退休，干了也不是退休。他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不是，首先不是上海人。第二，发明发有了。对，他我们的上港球迷里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不是上海人，跑到上海来找存在感啊，想融入上海，找不到渠道，然后呢去看上港队的球，抹黑我们，抹黑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集团员工啊，为了掌声。哈哈，没有发米啊，零油零米，啊，当卡当卡，第三部分没有了，这根本我是他们的，我也不是集团员工，两不是外地人，而且我身份证三个，我的身份证310109，这就不要去，侬再去帮人家讲搿物事就没讲的，我身份证叫虹口的310109，那要哎呦，那么我不算球迷了，那么我算啥门呢？不去，我觉得就已经不用再去跟申花球迷去争论这些了。我相信啊，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不对？他们会自己会啊，这个说这些话的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变成一小撮啊，一小撮。那申花球迷，我说句老实话的话，在虹口看球的，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么多穿蓝衣服的啊，其实啊，我可以说大部分还是具备。啊，这个上海人的一些基础的精神，啊，理性啊，然后呢也比较啊也比较隐忍啊，务实 啊也比较隐忍，也比较讲这个契约精神，嗯、啊，这个并非我是不愿意去妖魔化申花球迷，但是不排除啊申花球迷里面有那么一极端分子啊，有那么一部分，比如说蔡宝剑啊，蔡宝剑倒是蔡宝剑一般是绝对一直扛晓得吧，但是还是有一些申花球迷，比如说。昨天佩雷拉和王春超新闻发布会、啊、对对对结束以后、啊、有个申花球迷跑到他面前去收竖中指的这种、啊、这种就是走漏了走漏了对吧、哎、当眼镜了对吧当眼镜这个就是极端行为的这种是我们网络不是法外世界啊对不法这是我们要坚决这不是网络了不是网络他跑到、啊、已经跑到现场去、啊、现场去了去那个这个竖中指对着佩雷拉这种是绝对我们是不允许出现的这个属于扰乱社会公共治安、嗯、要出15日以上拘留的啊！我们刘警长说了 啊，是属于扰乱治安是吧？人的心里呢都有一杆秤啊，对不对？嗯，是非曲折，心里面都很清楚。对，我相信很多申花球迷，他心里面知道的这些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办法。嗯，在蓝色信仰的大旗下呢，他没有办法说，嗯、对不对？嗯，他说了他会变成叛徒，但是我相信还是有申花球迷会说的。不对，包括今天的场上，对吧？我们就说这个球队的这个气质，对吧？高迪用手球打进一个球，啊，然后打进球了呢，还打白球，打白球，啊、你看得很清楚了，当然因为我们现场看不清楚
啊，他是用哪个手打的？啊，左手还是右手？啊，他是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哦，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啊、他用左手踢球。啊，左手右手一个。这个呢？啊，他们说右手，右手很多人说右手。这个呢？攒钱倒也就算了，啊、对不对、嗯？然后呢？百家俊和孙世林的二加一，就去打那个奥斯卡的脸。百家俊是故意上肘子的。哦，拳击，然后朝孙世林躺在地上以后呢，再对着奥斯卡打了一拳。哦，孙世林又打一拳，又打一拳。哦哟，所以这个他两个左右两拳了，任何一个人吃红牌都不冤，应该两个人一起红牌、啊。第一次把孙世林吃红牌，刘越和唐蒙都说了，那是正慢动作啊，没话说啊，他们都认可了，已经认可了啊。结果把孙世林、唐蒙都六可了，认可了啊。然后呢，又取消，取消。再打他打的不是很厉害，但是这个明显是故意啊。然后呢，照理来说也可以红牌。照理来说呢，孙世林这个呢红牌逃不了，啊、哦，百家俊这个呢应该来个黄牌。红牌来了，啊、哦，这个动作，对对对对对，对的。百家俊这个呢应该来个黄牌，那么两黄变一红，那么这样子一口气要罚下两个人，可能呢，裁判也考虑了一下啊。那么而且裁判我觉得很奇怪，他事先已经看了这个视频了，嗯、已经确定是。红牌动作了，怎么后来又取消了？其实孙世林也是红牌动作啊，对吧？嗯，而这个百家俊这个至少是个黄牌，对，对吧？对，嗯，今天的 VAR 其实用了四种规则里面的两种，什么规则？是过了门线看 VAR， 第一个进球啊，过了门线。第二个是出红牌的要看 VAR， 还有 VAR， 出黄牌是不看 VAR。我不想说这个事实是怎样，嗯嗯嗯，我只想说。为什么这种事情啊总是会在申花队的这个球员身上发生？啊，对对，你踢球的你已经好不容易把琴声卖掉了啊，把那个李建斌是吧？你怎么又来两个？你这个踢球，你到底是专注力在哪里？脑子在想的是踢人还是想什么？对不对？因为奥斯卡是他们肯定知道，奥斯卡是上港队的核心啊，把你奥斯卡弄掉了，可能。就后面就有机会了。弄到是靠这么弄的吗？啊，对呀、啊，你是带着暴力犯规的这种去弄吗？而且这个球是不是红牌要加罚？嗯，应该会追加。百家俊这个球会不会加罚？因为他是直接红牌嘛。嗯，会有处罚暴力动作啊。在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啊，在狗局长已经拜访过康城。哦，已经去过了。已经跟张玉良、跟吴晓辉沟通过了啊，已经非常。啊，非常坦诚的一些沟通了之后，申花还是会在新赛季的第一场对啊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嗯，我觉得这是门联领导把柄，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故意的动作，虽然伤害力不是很大，但是故意是逃不了。绝情了，所以这样子啊，这种气质不改变啊，我认为啊，申花队的这个水平啊是上不去的。对，你一定要把这个专注力啊，要放在技战术上面。对，怎么提高自己的技战术、啊、技战术上面？我这么说，在看直播的申花球迷同意吗？啊，同意的打个一。哦，申花球迷同意的啊，同意我们刚刚三哥说的。没有，请你打个一。我没有任何黑申花的言语在里面。是不是应该文明的踢球？要把专注力放在场上，对吧？怎么去技战术去提高？哦，申花球迷蛮多的，哦，也有申花球迷打二的，还有打四的申花球迷。啊、哦，大部分申花球迷还是打一的。我平时呢，也不乏有诋毁一些申花的一些言论啊，但是今天我不愿意说任何。对对。啊，我不愿意在申花球迷的伤口上个撒盐。撒盐。已经是肯定打一了。我们就是。今天其实我们聊这场比赛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更愿意多聊一些申花。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这个从球队的技战术，尤其是请了大牌教练以后啊，没有任何改变，没有新意，到底冬训在练什么？嗯嗯，对吧？反观就是说上港这个冬天，由于吴磊走了以后，对吧？佩雷拉带来了一些更新的东西。什么呢？新阵型、新打法，就是务实，对，一个务实的打法。嗯，从对国安也好，对申花客场也好，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上港队的变化，两场比赛，嗯，零封对手，哦，这在以前的上港也是很少见、很少见的。很少，对对对，对吧？我们不要说进几个球，对，首先防守就做到位，防守就好，这也是佩雷拉这个我一直对吧？我从去年就说了，他们给了刚刚我们球迷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上半场，申花队的打在门框里的是零，嗯，没有击中门框。对对对，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上半场申花队没有打中上港队的门框，
这个确实是上港队的这个防守啊，确实做得到位。而且我就说，吴磊离开了，嗯，今天浩克也不在，嗯，但是上港居然可以做到什么？四点开花，嗯，就是，嗯，把原来吴磊的这种攻击力啊，分散到其他人身上去了。这样的上港队，我觉得要比去年更可怕。为什么？你不知道防谁了。嗯，以前的话很简单，我靠住你吴磊，我贴住你那个埃尔克森就行了。现在吕文君也能进球，蔡慧康也能进球，那王思聪还能边路套上。这个你怎么防？然后奥斯卡还能进，那这个就完全没办法防了，就感觉。这个王仁涛的一个。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不同意这个结论。啊、嗯，有吴磊的上港和没吴磊的上港，实力还是有差距的。那肯定啊！我赛前，三哥，我一直是这样说的，包括那个上海热线采访我也这样说，我说这场球就是上港队一球小胜，我一直很低调的，嗯、我没有说过今天要进四个球，进多少球，我就说赢一个。因为从双方实力对比来讲，确实我们少了个青缺，他们多了个银缺。嗯，对，对吧？如果说正常的去好好的冬训，好好的去调配这个球队的话，如果教练是吴金贵的话，今天绝对不会输四个球。那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对吧？最多就一个，绝对不会啊，对吧？这个打法，这他的这个整个打法都没有看出来他冬训练了什么套路了。一点套路都没有，是不是西班牙比赛对中超的认识不够？觉得我们那刚才翔哥不说了吗？他说了吗？他说我有一肚子的东西，但是我一点点教你，这个算什么话？慢慢灌输给球员，这个是难道我这么说？难道以瓜林这个级别，我觉得、啊、还不够领会你的外教啊？好像对中超联赛第一开始啊，都是觉得中超联赛很简单，有没有这种轻敌？等过个半年半载。才发现也不那么容易，中超并不好踢，啊，都不好踢的。对，中超强度节奏没有五大联赛快，但是冲撞是一点都不比欧洲联赛差的啊。嗯，这个这个冲撞的激烈程度的话是超过 J 联赛，比肩 K 联赛。那肯定比 J 联赛啊，这J联赛没有那么J联赛没有这样吗？这样就非常奥斯卡。今天孙世林这个飞铲，你看。这个动作确实是很危险的，对，嗯，往死里踢的，所以我觉得他红牌也没问题，我觉得也不为过，对吧？啊、这个红牌是没话说的啊，对吧？已经到但是 打到后面呢，他的这个三哥吃一点啊，我下面要爆个小料啊，好，好吧，没事没事，你关你事，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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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关你事啊，我下面要爆个小料了。今天呢，为什么我们上港队能赢四个球？啊，我要给你这个做了啊，这他来啊。没事没事没事，你自己吃。我要报个小料，为什么我们那个上海队今天能大胜？啊，其实呢，啊，我可以这样讲，申花队的战术已经被我们上港教练组已经是摸得透透的。哦，怎么可能呢？就是、比赛还没开始，已经对，啊、就是知己知彼啊，嗯、百战不殆、啊。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布阵，嗯、他们的人员使用。已经被我们上港队呢，嗯，已经掌握，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哎，这话有一定道理。今天的我们的排兵布阵是非常有针对性，对申花是吧？啊，彻底的限，嗯，遏制了他，啊，对吧？啊，是吧？那么哪来的情况呢？怎么来的呢？啊，我这个东西呢，啊，那我要表扬一下我自己了。啊，你记不记得上一场我们打超级杯啊？我们四比零赢国安那天，嗯，申花队和大连队，嗯，也打了一场教学赛，嗯，对吧？但是这场教学赛呢是封闭式的，就是阿拉上港队在虹口呀，啊，对啊，上港队是没办法看到啊，看不到的，啊，看不到的，看不到，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呢，我要报个小料，嗯，就是有其中呢有人。对这场比赛进行了一直播，哦，啊，这个可能你不知道，是你吗？不是我，我怎么会去 啊？对吧？那么具体谁我就不讲，否则就害了人家啊。那么这个一直播呢，我一看，嗯，阵型这个打法，嗯，啊，针对性，哎，我觉得这个资料非常有用，嗯，啊，非常有用，嗯，所以呢，我就马上第一时间，嗯，就是在昨天。昨天第一时间就把这个
信息，嗯，转发给了佩雷拉的助手啊，昨天佩雷拉的助手，然后佩雷拉助手看到，嗯，谢谢，给我说两个字，我也没多说，嗯，是吧？那么我说你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阵型是，嗯，到底用不用这个阵型，嗯，也可能他是搞一个假的，但是我想他既然是封闭式的，嗯，他肯定是想要把大连作为上港队这样一个模拟来训练，嗯，啊，有针对性的，而且他这个视频呢看得很清楚，嗯，怎么站位啊，怎么用人，嗯，啊，非常有针对性，嗯，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啊，所以我赛前呢我也不敢多说，因为我怕呢这个东西呢说出去呢就是让申花这个弗洛雷斯知道了，嗯，那么他就会辩证了啊。没想到呢这个弗洛雷斯呢，嗯，他没走啊，哎，那么我估计佩雷拉是研究过了他们跟大连一方的这场教学赛的这个阵型，嗯嗯，所以呢今天是有针对性的布置，嗯，啊，特别是对伊哈洛的特点，包括他们的这个后腰啊，瓜林的特点，包括他们的战术打法，嗯，但有个80%，我也不说100%啊，80%的了解，对吧？那但这个事情我也不是说为我表功啊，嗯，我也相信，即使我不发给我们这个视频资料，我们也能战胜他，啊，对对对，我相信，对对 对, 对吧？就正常踢也没问题，当然我们作为球迷来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对，是吧？有资料有消息要及时的，嗯，要传递，嗯啊，越多的信息越多资料，让他们去中间辨别真伪啊，去筛选，嗯，最终的决定权在谁手里？佩雷拉手里，对，他怎么用兵啊？他今天不上浩克，为什么不上浩克？对吧？为什么会针对性的去布置这样的战术？最终决定权是在教练手里。所以我就说一个球队的好与坏最终还是靠主教练，对，是的，不是靠我，也不是靠那个俱乐部啊，最终一场比赛的胜负还是主教练最终决定性的啊。今天输球大家不要怪球员不努力啊，申花球员不努力，我看他们也蛮拼的，嗯，确实蛮拼的，蛮拼的，蛮拼的，输球稳定还是吃了弗洛雷斯什么，嗯，他的用兵，他的怎么会用战一零这个东西，大家也打个问号啊。对啊，他为什么会战一零呢？对吧？是，啊，而且战一零是1、2、3联赛已经是明明晓得也弱点在哪里，这问题在哪里了。而且他的这个三个外援啊，哎，状态很一般，远远比不上我们这三个。我们艾哈迈多夫今天发挥非常好，哦，艾哈迈多夫，而且是抢到对方身前去断球 啊，就对方刚刚把球断下来，艾哈迈多夫蹭蹭两步就把这个球断走了。艾哈迈多夫今天是替代了，因为什么呢？奥斯卡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这个组织进攻上面，嗯，然后艾哈迈多夫替代了以前奥斯卡说的事情，前面也有组织，后面也有拦截，对对，他是这个 B to B 了，变成 对吧？两边的禁区都看到他，所以这个当然了，如果说硬要挑缺点的话呢，那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来说呢，我们这个右边傅欢啊，嗯，可能就是说这场比赛呢，好像还没有达到他的最佳状态。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大空档啊，那个奥斯卡啪一个传给右路，然后他一过人，左脚一撩打偏了，哈哈，很可惜。他还是啊，就是上半场的机会，他射门这一环节对吧？然后的话呢，传中好像也有点问题。啊，然后的话呢，小熊呢是啊，还是很努力的，做到了他的本分啊，做到了他的本分。虽然规划看来是不太可能了，啊，但是还是蛮努力的。规划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啊，等一下让三哥讲。就是说，但是呢，就是说，小熊呢，他可能呢，身上这个掩护的这个担子啊，过重了啊，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个掩护自己的队友进攻啊，吸引火力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啊，这个王晨向我开炮啊。作为一个大中锋，对吧？那个一场比赛进了4个球，他没有进球，那可能我们还要期待一下，希望小熊在关键的他上半场有个机会。就是王申超，对对对，那个打到左路以后，啊，一个传中，啊，他顶偏了一点点。他有两个头球啊，两个头球，啊，都是，啊，对对对，都是顶高了。对对对，啊，当然了，我们期待他爆发吧，亚冠爆发吧。这个吕文君的这个进球的话，其实有一半功劳是在小熊这里，对不对？是因为他射门以后被那个李帅扑出来了，嗯，然后吕文君冲上去补射的。嗯，
这个他有很大的作用啊。那么然后的话呢，奥斯卡一个补射，我觉得还有一点呢，要必须要说的话，魏正呢，这场比赛呢又得到了锻炼啊。不是锻炼，我认为魏征表现的是非常的好啊。那不，在几次跟大陆的，我是这样认为啊，我是这样认为，因为那你先吹你，我是这样认为，因为我们还记得2017年这样足协杯的决赛，你要提了，对吧？魏征在那场比赛当中是被完爆的，但是两年以后，一年多以后，我们再看今天的魏征，他明显在防守强度也好。当然有一次传球有点失误了，传到对方脚下，但是总体来说，他是，应该说90%的能力发挥出来的。我们也不能过高，毕竟他也是让他小朋友跟曹云定来对位啊，跟曹云定啊，非常好，没吃亏 非常好。曹云定被他搞得没方向、真正的男子汉就是什么，在哪里跌倒，哪里在哪里站起来。所以我今天他防曹云定防到后面越防越好。当然曹云定呢后面一个后拉球有一个体力的问题，对吧？哦，下半场定定总是有这个问题，对吧？一到最后20分钟，因为三哥，我一看到我们时刻受伤了，我心里就是一急了，我就怕什么呢？魏正一上又像2017年的时候足协杯，又漏球又搞不过曹云定，我是有一丝担心的。但是他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什么？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而且他今天的表现，他上场以后上港队连进4球，你不要忘记啊，是在魏正上场以后上港队，你可以说是一个巧合，他上了进了4个，阴阳，对吧？阿拉反过来讲，就是阿拉老早讲的运道好，运道好，魏正不上去0-0，魏正一上去啪啪啪4只洞，侬讲巧合也可以，对吧？侬讲运动好，不，足球不是足球的结果就是有很多的巧合组成，很多的巧合组成。但是总的一点，我今天要表扬魏征，我今天绝对不批评魏征，他的表现已经作为一个什么要批评？作为一个 U23 球员，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位了。而且在临时上场，他也没准备，就是突然时刻受伤了，他是临时上去顶的，我觉得他的表现我是认可的啊。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说呢，如果说给双方球员打分的话呢，我觉得呢，上港的这11个呢是排在前11名的，而申花的这11个呢是排在，申花可能我都看不出呢、哪个很出彩，曹云定还行，我不敢说那个今天、曹云定、他还传出几条球来了，曹云定突破有几次突破，他传出传当什么的那除了曹云定以外，其实是一无是处啊，一无是处啊。艾迪的防守马马虎虎，对吧？有两个也防住了，反正怎么说呢？反正今天的话题啊，我这真的是忍不住要多说说申花。我们从技战术角度啊，不说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我觉得这是我还是非常问题比较大，非常担忧的。这个本赛季这个申花的后面的这个，而且刚刚我们这个兄弟也给我们看过这个赛程了后面申花都是魔鬼赛程，还好吧？他倒在魔鬼，但是他也必须要先拿分。不拿分，他就接下来他还有。他后面他后半段的苦啊，后半段苦啊，而且一阿洛马上要打非洲杯了啊，他又没贡献了。如果在前面的这个九场，我看过他，我也看过他，他前面九场他如果不拿足够的分的话，他后面就真的要保级了。前面呢，他对阵的这个阵容啊，几乎都是中上流的球队，就是都是保级对手。保级不，华夏幸福怎么可能算保级？他还要争亚冠的。不要保级，我不希望申花保级。申花因为他一旦太差的话，一盘棋就要来啊，功不可没呀！这个功不可没，这个不行，资源又要重新调配了，要重新调配了。不要瞎讲啊，搿真的啊，是会得发生。没有，又要惦记我们根宝的0203想弄，干嘛？申花呢？说他的埋着头皮往里面干都不好，就叫啊。申花呢，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就这样不死不活，对不对？但是呢，也能够给。对上港呢造成一定的威胁，对不对？对，那有种反向的也。三哥，我认为申花队每年就保持6到8名，成绩稳定，球迷也不流失。对，因为这些球迷呢，说实话，始终嘛也蛮始终的。你真的要保级了呢，人家也要骂的。你看今天就很好嘛，今天输了个0-4，也没叫球员脱衣服，对吧？心态很好的申花球迷，心态我真的觉得心态很好，也没叫球员脱衣服，也没叫球员跪下。也没叫弗洛雷斯下课，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这样的球迷哪里找？
吴晓辉你再拎不清，跟你说球迷都跑光，他对吧？哎，基本上申花球迷，我这个倒要为申花球迷说两句。申花球迷基本上就是说，我一直在担心啊，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是这个大巴放回八万人的，对不对？哎哎哎。我怕你就是说从八万人出来的时候会遭遇大批申花球迷，没有没有，因为他们也是这个路，他们要回那个宛平路600号嘛，啊，正好就是跟你们同路，宛平路600号，没有一路上停车开道，直接到这里，对，我说你们在八万散了以后走出来不就马上宛平路？三哥，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二，嗯，啊，就这个礼拜二就放了一个那个叫，那，这个，哟，手机过热，哎呦。你手机过热了，过热，对，离那个太近了。这个礼拜六啊，就是有一个，不是放了一个那个纪录片嘛？到老师啊，就是大家看过了，到现在的回顾。这个不是这个礼拜六，就是那个。我这个手机都。哎，这样把这个锅多搬远一点，多搬远一点。过了，啊，这个太烫，不好意思啊。离火锅刚刚离火锅太近，刚刚那个有点过热，过热。哎，就是有点类似像急诊室的故事的那个片子，你看过吧？你那个纪录片，就是讲宛平南路六百号的事情啊。那个叫《人间四号》啊，《人世间》啊，《人世间》。《人世间》就讲宛平南路六百号的事情，我觉得也蛮巧的，正好讲到了宛平南路啊，《人间四》，《人间四》，对对对，《人间四》，《人间四》。再远一点，再远，还远点，还远点。这手机过热，到时候要关闭了。你这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我先给你塞一下。你这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不，你真的。这难为情嘛，这个啊。这吃点东西难不行吧？没什么，搞到后来都我一个人吃。哎，又过热了，是不是？是不是？等一下，大家等一下，我看一下手机啊。赶紧取出来吧，下来吧，三哥，可能是滑下来的。三哥，这个手机好像是有点问题。这样子啊，这样子啊。我们可能啊、去问他要块湿毛巾。我来问他要块湿毛巾。或者用这个先蘸点水，降降。对，现在我温度太高，温度太高，现在我们手机有点过热。空调还开着。哎，空调开了，不是，侬洗洗那湿毛巾，湿毛巾，可以可以。讲讲我，至于倒问手机过热的问题，手机过热，今天可能看的人太多了。啊、热度现在已经17000人，18000人了。哇，从来没有过。上次我们那个打那个恒大也只不过17000。一万，上次恒大是打恒大是16000吧，16000。一万二。嗯。还是不行，还是过烫。有些东西没关，你看一下，把微信关掉。关掉了呀、啊。啊，微信也关掉了。关掉了。啊，来来来，降光降光。再弄点，多弄点水，弄点那个。这个也是第一次。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次遇到手机过热。你这什么品牌的手机啊？三星。啊，三星的。以前没有过。三星手机是不是会过热？大家也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来，你给它转过来，转过来。哦，这个漂亮。啊，有吧有吧，快点快点。这个漂亮。啊啊啊！是冰的。啊。冰的，这货冰，不太厚。可能这个火锅太烫了。再取冻点水。不是火锅，它里面有里面的成分。芯片太热了。好，三哥继续聊，继续聊。哎呦呦，还是不行。换个手机。请关闭啊！不行了就换个手机。我把手机拿着出去转一圈就行。马上在门外面。你坚持一下，我马上连。啊，等一下啊！大家看，我连不上。怎么会连不上？因为他说你正在直播。稍等一下啊，我这边关你的呀，用你的接啊。没事，就用你的吧，啊、降降温就可以。降温。你看看还有什么没？没有了。只有一个小时，他就。嗯。可能这直播多少时间？开的太多了。好像没有两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他说今天温少，粉丝人的多了。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啊！强烈要求换手机，三哥，人家要强调，你他妈说到关键时刻他妈掉链子了，说到关键时刻掉链子，关键时刻掉链子。直播这么多次从来没有过、啊。没事，再复一下，再复一下。哎呦，还是不行。来，现在来竞猜一下三哥的手机什么品牌的？答对了，啊、我送一辆。三星啊！这样，我们这样啊，我们先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港球迷客栈。然后万一等一下断的话呢，大家就重新看我们的下，重新直播的话看。啊、我们重新连 啊，重新连，好吧？就是先关注一下，大家再啊，大家先这样把我们这个先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播上面叫上港球迷客栈，先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所以这手机啊，哈哈有可能啊，有讲究，有讲究啊，放冰。去弄了，稍等一下，现在没有吗？物理降温。我在想办法，冰块，搞冰块，拿过来，他蛮在搞，他在搞，我先闻他的。先把这个弄点水，弄水没有用，来不及了。哎呀，好事多磨啊，三哥，讲到一半他妈的手机发烫了，不行，一。
这样子啊，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呢，我重新开啊，那么大家呢，重新看了探过了啊，我关了，我重新开，好吧？哦，他说等一下，已经有冰块过来了，你稍微等一下，啊，有冰块吗？对对对，冰块不，冰块敷手机好像没什么用。不是，它外面包个东西，包个贴膜。哎，好了没有？快一点，哎，叫他快一点。人家又要过热了。这个是啥？哎，包鲜膜。哎，不用包鲜膜了，拿过来。我包一下，包一下。不要包了，拿过来。不要过来，拿把包鲜膜给我。包一下，干净一些吧。包一下，你直接放到保鲜膜上面。来，等一下。我帮你包一下，哎，包一下。你把拿过来，你把拿过来，但你把单着我来搞，你弄啥？这那有什么用啊？好，现在是紧急物理降温啊！我们拿今天出洋相了，今天是好，就这样啊，冰块放在后面架着就好。我估计啊，是可能我之前有一个后台程序没有关掉。那你把它关掉。那我现在看不到，它又不体现。啊，有个什么后台程序在运作，啊，可以可以，现在我们那个用冰块给它敷起来了，没问题了，可以了。先拿个王老吉。哎，你有冰的饮料吗，小伙子？拿几个冰的饮料，我来冰一下。啊，现在应该可以，现在降温了，后面放了冰块了。啊，其实是冻豆腐，不是冰块，冻豆腐，现在用冻豆腐给它紧急降温。物理降温啊，物理降温。好，我们继续说下去啊，继续说，继续说。不要为了这个事情，有嘞，不要为了手机的事情。豆腐船里面吗？啊，耽误大家看，耽误大家看视频。小伙子，拿个王老吉给我。我吐了就不用过了。啊，你继续说吧。你把两头拧一拧，靠后面，靠后面，靠到后面。把门关上，把门关上。门关不住，这门关不住。好，现在可以了，三哥。啊，现在。我们现在用冻豆腐给他。物理降温现在达到了奇妙的效果。来，现在啊，靠上，靠上啊，靠上。好好，我们现在是用冻豆腐。好，我们现在是用冻豆腐啊，冻豆腐把这个手机给它物理降温，现在看来效果马马虎虎啊，马马虎虎。好的，好的，好，可以，好，可以，可以，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出洋相了，电还够吧？有电。万一待会儿三哥请继续，请继续，也不用换我的手机了。三哥请继续。手机也要吃豆腐一下是吧？好，好，可以了啊。那么啊，我没有看全部的这个中超比赛啊，就是说这个第一轮之前有这样的说法，说就是说。所有的规划球员在前两轮不能上，今天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看到其他的比赛场次里面有规划球员上场？球迷朋友们，帮我们看一下其他比赛有没有规划球员上场？北京国安、恒大有没有上场？艾迪不上，艾迪不上，没，他一直是中国户口，没有规划过，没有规划过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这个裁判组还是有查的。那么，这个呢，我想来重点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跟我们这个。德比啊，没有太大的联系了，啊。能不能扶护球？就是说呢，我的就是在，就我们牛津两只啊，没关系，就这样，好，继续，就是说呢，我觉得在规划这个问题上啊，因为之前的我看到呢有一些报道啊说的也是比较详细啊，这个规划。规划不能上，主要呢是因为呢，在高层呢是有不同的声音，就不同的声音。原来呢这个规划呢，我们是设了四个试点，就是恒大、国安、鲁能和申花啊，设了四个试点。试点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四个以外呢，就其他的呢都没有去搞，对吧？那肯定从试点开始搞。然后呢，申花呢也是也是因为设了试点了嘛，对吧？你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也大家都啊，塞了就捞一抄，西捞搞了个加盟的啊。但是呢，我呢，我重点呢是想说一下呢，就是说我非常惊讶的呢是。后来是我们程序员董事长的一个表态，就是27号这个动员大会，我是大吃一惊，因为他彻彻底底的，是艾克森持不同态度，就外籍球员他认为也不是说没有血缘，嗯，就是说他认为啊，
就是说我们上港啊，嗯啊，不会去走这样的一条路，还是扎扎实老老实实的啊，我们搞青训，搞青训啊啊，这个话其实分量很重的。这个话，这个照理来说啊，以我们上港俱乐部啊，一般来，因为这个规划政策啊是由上至下的一个，对对对对对，一个是一个指令，上面提出来规划，啊、然后下面俱乐部才去做，是总局的一个点子。然后的话呢，是总局的点子，总局的一个点子。然后的话呢，跳过足协，那个足协呢也没有跳过，也就是执行啊、贯彻下去了，对吧？搞了四个队的试点啊，意思意思。结果到了陈学仁董事长这里呢，突然就明确反对啊，就是说啊，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不认可的一个态度，就是完全跟总局的意思是相反的。相反的。然后的话呢，接下来呢又出现了，就是说这个前两轮不能上场啊，这个当然了，这个这个也跟紧跟着一些谣传，就是什么呢？嗯、是说呢是跟两会有关，啊，跟两会有关，就是说呢在两会上啊，会有代表啊提案，就是说呢反对这个做法啊。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事项呢，就是什么呢？就在规划这件事情上，高层有两派意见。哦，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就是为了2022世界杯、啊、要想办法拿好成绩，我就不惜一切代价，对，用规划球员对代替中国的这些球员来打这个世界杯、啊啊、对，没错，目的是为了早一点踏进世界杯这个门槛，对，没有错、啊、那另一种意见就是说，我们还是他就是我们陈用自己的球员为主啊，不要陈总的这个意思去把你，特别是鲁能的这个啊，这个没有血缘的这个外援啊，就是说这样去规划过来，这样一来呢，就是变成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可以说是一个是激进派，嗯、对吧？就是说非常着急的啊，想去为了2022世界杯、就是、啊跑步进啊，想去社会主义啊，想去就是说 啊这个毕其功于义啊，学习卡塔尔啊，因为被亚洲杯被打醒了啊啊。然后另一个呢，你可以说他，也可以说他是稳健派、嗯，也可以说他是保守派，对吧？就是说，我不去搞那个乱七八糟的，我还是按照青训啊，就是客观规律，足球规律来，足球的正常的规律来，足球规律来。啊，那么你认为是哪一种是正确的？我认为你倾向哪一种？我认为啊，就是说我自己的观点啊，嗯、就是说，首先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来我们40年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啊，摸着石头过河的啊，对对对，很多事情啊，你我倒是不反对足协的这种试一试的这个态度，因为日本那个也搞过，对，那的确人家是成功了，对不对？卡塔尔是成功了，也是没血缘的嘛，对吧？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呢，我认为啊，我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什么呢？可以规划，但是呢，目标要清晰，就是什么呢？你规划以后，你一定要能够代表中国国家队参赛，哦，我才规划你。哎，这是倒对的，对吧？你如果规划来以后，嗯，你又打不了国家队、啊，你只是为了俱乐部打比赛的话，啊，那你其实就滥用，在滥用、这个，也不是说滥用，其实你跟我们高价外援起到的副作用是一样的，就打压了年轻球员成长的空间嘛，啊，位置被你占了嘛，就是，对，就是你这个。规划球员一来，我们年轻球员更就没办法上了。培养年轻球员不就是为了政策就等于零？不就是为了打进国家队吗？对对 对, 对, 对，最终极目标不就是这个吗？进国家队去打世界杯嘛，对吧？你搞青训不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吗？然后你因为为什么要把金元足球要把它彻底的一点点一点点的给消弭掉、嗯？就是因为金元足球影响了我们年轻球员的成长 啊, 啊！那你现在规划来，你又打不了国家队，帮不上忙，然后呢，你在俱乐部占个坑，又占个坑啊！啊，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外援等于是对国家队没有帮助的外援啊，规划球员啊，那么你就又压缩了自己俱乐部的年轻球员的位置。对，你如果真是为了世界杯的话，啊、就很简单，你这个事情就什么搞，必须要国际足联认可的。你现在当然了，因为你搞了试点，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被你足协会弄尴尬了，对不对？试点嘛也搞了，人家那么像国安这种大钱也花了。人们也规划进来了，然后你又说不能上场，那、嗯、大家搞得很尴尬，就是又一个奇葩的事情。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就是什么呢？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作为你先把它放在这边，啊，你可以啊名义上作为外援，对吧？啊，作为外援来用。一旦国际足联认可、啊，这里有个开关，一旦国际足联认可，可以代表中国队，马上开关一拧，你变内援，对不对？那已经规划的，对吧？包括那个。
这个申花的什么恩那个加蓬人什么钱什么钱解给钱，是吧？钱啊，给钱解，给钱解，给钱解啊，不是钱解，钱解给，钱解给。那么怎么到底怎么念？给钱钱钱给解解。不，你普通话念不准，你拿上海解钱给，解钱给。你拿上海话念念，我解钱给，他姓钱，解钱给啊，解钱给啊，反正不管怎么对吧？解钱给，上海话念一遍，对对对，我现在已经听了乱了，到底怎么念？上海我更加搞不清楚了，这更加搞不清楚。哎，侬还是讲普通话不好，解钱给。什么叫姓？他不姓钱吗？怎么姓解了嘞？啊，姓钱，他不姓啊，他姓钱是吧？那么钱。钱给姐，钱给姐，姐给，钱给姐，钱给姐，钱给姐，对对对，钱给姐啊，不管吧，反正就是说这个加蓬的这个外援，然后的话是这个国安的那个侯永永，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恒大的这个布朗宁，布朗宁，他罗伯特肖啊，罗伯特肖啊，罗伯特肖出啊，罗伯特肖出。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呢，我还有鲁能呢，我们是拭目以待啊，两会上啊。肯定会有人提出，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这个事情啊是非同小可，这个是跟我们这是一个传统观念啊有一个扭转的啊有一个扭转的，但是呢，就是说作为改革的一部分，把它这个把它作为一个尝试，我倒认为啊未尝不可，我倒认为未尝不可，也不是说现在好像又出来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足协可能两轮以后会执行这样的，就是把这些球员，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就是说，先作为一个额外的内援来，但是他、就是介于内援和外援中间间的啊，再来一个中间体，对对，一个给他等于是这个内援他是不能就是说不能作为内援指标的，只能作为外援指标，然后呢，如果对，就跟你这个一样，就是当他被国际足联身份。认证委员会认证以后，可以代表中国队踢球以后，他才可以转为正式的内援编制，就是不占用外援名额啊。这样的话呢，就人家来了呢也有饭吃，然后呢俱乐部呢也没花冤枉钱，他也可以注册，因为是作为内援注册，但是他上场的时候是占用外援名额，就搞了一个这样一个变通，有可能啊。因为我为什么一直对这个规划这个事情打个问号呢？因为中国足协。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和这个规划的关于规划的政策细则，没有，就是说具体这个人来了怎么注册，怎么上场，怎么认定他的身份，怎么你以什么为标准来认定他能不能代表国家队，这不是你一个人说的，这个要国际足联、亚足联，包括中国足协，这个东西里面还要有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啊。我是想对吧？我提这个话题啊，我更想说的是呢，就是说我并不是只想谈规划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件事情，现在这样子一个杂乱无章的一个态势啊，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一直表达的这个观点，就其实啊，这个在足球这个层面，高层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啊，就有两派。两派，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事情被紧急叫停？因为这个事情是昨天晚上，就今天要踢了。昨天晚上，包括陈华，在他的微博上，丸子的丸子，他也说到了啊，他说这个国家集训队啊，他首先今天我们有一个小球迷在问我，年轻球迷在问我，就是说，他说为什么既然总局先考虑试点上岗，为什么上不把这个任务接过来？却拱手让哦，有一篇报道就是说，是根宝说本来这个国家集训队是给上岗的啊，但是上岗没要啊，上岗不愿意接这个活啊，这个里面就有个，然后恒大呢主动的去接接盘啊，主动啊，许老板说哎，这个任务让我来啊，中国足球，那你也不能怪许老板啊，你不接对不对？这个对吧？是个任务啊，是个任务对吧？他那么关键这个任务谁下达的？是足协下达的，还是总局下达的？有区别不了。那有总是北京的某一个人下达的 啊，对不对？北方某领导，对吧？那如果我们上岗不执行，会不会给穿小鞋的？那就看谁到最后，就是掰手腕了，就是说你谁最后是谁说了算啊？对，你最后掌握话语权的是谁，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概括成，好像从目前的这个态势看，从这个冬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来看的话，最后啊，这个两派。可以把它解释为啊，我们不知道后面是谁，对不对？我也说不清后面是谁
啊，你也不知道是狗中门还是谁，对吧？你也不知道，你也没确凿的证据，但至少从表现上来看，可以有两种意见，可以把它归纳成恒大派和上港派啊。哦，恒大派和上港派。恒大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呢，就是激进，先弄了再说啊，弄了再说，两个买过来啊，这个国家基金队搞，对不对？规划搞啊，什么东西就是你说怎么搞我。也不想啊！我的执行力相当强。对，啊，你这今天我哪怕要把今天你北京放个屁，嗯，我这边啊晚上就闻到味道，啊，第二天起来我就做事情。哦，对不对？就恒大派。那么上港派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任凭你啊这个，哎，你说啊，任凭你这个疾风劲草啊，我自岿然不动。啊我自岿然不动啊！这三个的，但我想补充三个一句，就是中国这种政治的东西，从古至今，明清以来啊，那个都有一个东西叫制衡，叫什么？制衡，制衡啊，就是两派意见可能最终啊互相博弈，互相博弈，最后取一个中间道，不是中间道，最后可能都没有结果，最后是害了中国足球，很有可能就，就是又害了国家队。就像又害了联赛，他又害了联赛，他这个搞一搞，起码要搞个几年的，不会一年半载，搞不定的，搞不定的，嗯，因为他的政策有延续性，利益东西的东西太多，乱七八糟的关系，就是到底是东风压倒西风，哎，弄得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怕就怕什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好，马上四十强赛开始了，又影响下一届世界杯了，不是，我们现在就怕什么？你不要乱刮风，你要么都是西风，要么都是东风，你不要上半年嘛刮西风。下半年嘛，刮东风，很有可能是这个。两百六，我就觉得应该让他们去折腾，就摸着石头过河，不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会儿嘛出一个政策，一会儿嘛出个政策，弄完以后呢，对吧？国家队就回来了。啊，所以那我阿不是刚，对吧？消费不好，对吧？一觉得也捏住你。我不赞成你讲的话，对吧？中国队好到哪里去呢？今天这个领导去他这里访问了，他说我要刮东风了，那么哦，一刮东风，后年不管。明天另外一个领导来了，说我要刮西风了，那么哦，又刮西风。根本的是人家马进来了。冬训也训了，我就说今天为什么输球，钱结给还是钱给结，结给钱。等一下啊，他已经参与了整个冬训啊，三哥。我看看马明伟在说什么，对吧？他在这个冬训里面是完全融入这个球队的。比赛前一天你突然说你不能上了，那我好刚弗雷斯吧，对，你家本身个战术体系已经打好了，那阿乌去短期洗头牙体把人家刚。你这个里面重要的一个人物帮到其他。哦，原来今天是零比四，是因为足协的这个。哦，佛罗雷斯也可以跟人讲。就惹他了。申花球迷们啊，高翔同志给你们找到个理由。翔哥，翔哥，啊，他们喜欢叫你高翔。啊，不，翔哥，翔哥。然后把你这个姓改成啊，不要啊，翔哥，翔哥啊，三哥，翔哥，对吧？你觉得呢？这不能怪佛罗雷斯。对吧？我如果我是申花队主教练，我也有母塞门啊，对吧？你吴晓辉跟我讲的时候，你没说钱杰克不能上啊，啊，五抓法了，心腹部位要开了。那么我们说，如果今天的加蓬人能上的话，那应该就不是零比四啊，至少不会输那么惨，最多输我就说最多输一个嘛，0-5，我一直预测不是我预知预测是输一个啊，我从来不会想着输四个。对吧？三分肯定是我们的，输一个跟四个区别很大的，对，可是两只档次，输一个就上港和国安的差别，是一只，是两只就是上港和那个天津队的区别，输三个就是上港和深圳区别，输四个就是上港和长春亚泰的区别，清桑，个差距太大，对吧？你就这么看不起深圳？啊，深圳确实也是个强队啊，也是个强队，不差的啊。等一下慢慢聊，慢慢聊。今天我们时间不够，好，让大家聊聊到爽。这武汉上来，对吧？那现在三个球队，那申花球迷讲，我刚刚可觉得我对吧？哎，我上港球迷对，这我刚刚是对啊，富力恒大加帮申花球迷，帮申花招女人。如果觉得我讲了对啊，申花球迷请打个一，支持，对吧？如果觉得我不对啊，侬打个二，可以吧？好吧，啊，打一吧，啊，不打一，大家按照你自己感受来。我刚才我这样，是我搿事体，侬讲是好怪佛罗雷斯吧，对吧？叫佛罗雷斯叫背锅侠，是背锅侠了。佛罗雷斯
那但是实事求是说啊，我是不太同意你说的，因为从、啊、从这个比赛内容上看啊，哎，就算你换了一个人、两个人啊，就前期给上了，前期给上了也是零比四，你是这个人，他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他上场怎么的？你是等于是，如果说你把上港的奥斯卡拿走，那可能比上港的内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然后就关键人只能说找一个光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啊，就是也只能找一个理由，就是翔哥，这他只是给申花球迷的这场惨，申花队的这场惨败找了一个理由，对不对？找了块自己。但其实啊，我还是很客观的说啊，就是说懂球申花球迷比较懂球，这我认可的啊。懂球的申花球迷应该是知道的，他这个在湖州啊，这个纯粹想胡说八道，三哥不至于的，你要帮人家留条三个窟留掉，侬全部不光嘛，人家委屈。遮羞布了，三个宽嘛啊。这就来遮羞布啊，不稍微要留条三角裤的、啊。我们在不能这样。我一直认为，我们在跟申花球迷讨论技战术的时候啊，嗯、还是要本着客观啊，以球事为主，说话要说内容、啊。这个你不能说嘲讽，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可以嘲讽，对不对？啊，就是说在技战术层面，我们不嘲讽，因为。你不能说你赢了啊，你就可以什么都可以让你说了。那申花球迷心里也不服，对不对？对对 对, 对啊，你赢了啊，那么你高兴怎么说怎么说？凡事都给自己留条啊，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啊，都有低谷的时候。我还是这句话，对这个句话说得好啊。我一直在比赛前，我就在我群里就一直在跟大家灌输这个思想，就是什么、百年争斗。你总有输的那一天，对对对，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说你一百年，他妈上港赢申花一百年，那申花就不会存在一百年了。如果是这个局面，对不对？现在算已经输了好多年了。现在算，我觉得一年、两年、三年。那个高翔他们这种是都活在当下。翔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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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那2014年你也被人家双杀过。对对对，2013年双杀，2014年是双平。双平。好，双平。2013年是1-2的0-1。啊，对吧？2013年就是我们进中超的第一个年头啊！对对对，吴磊不是被红牌罚下吗？红牌罚下的，对的。点球也没有进。第二场嘛是莫雷诺一挑四啊，在网超比。莫雷诺也今天惜比了。今天莫雷诺你点评一下。莫雷诺还行，还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但是呢，他状态没有，就是说他的没以前那么强，身体机能没有以前强。我碰到一个他的这个战术啊，我觉得啊，如果我是弗洛雷斯的话，我会怎么排啊？你怎么排啊？我把莫雷诺做单箭头。啊，大顶到前面，对，把一哈洛撤回来，效果会比一哈洛好，就不要把一哈洛顶到最前面。这两个人啊，其实头球啊，还是诺雷诺好。哦，要做支点啊，一哈洛的头球啊，一般般的，没有那么好。弗洛雷斯啊，你好好看看啊，三哥讲了啊，就是今天弗洛雷斯你上岛的战术，对，这个翻译哎，小翻译绝对成功的，那个叫马跃，或者是我这么说，或者是我这么说，好好翻，申花对一哈洛的战术是完全失败的。他这个战术已经能把他摸透了，已经。他做不了一个好的支点，还比不上小虫。哦，你今天场上的他能拿出几个球？他能拿得住几个球？没有，几乎就没有。他的跑动也不好，对，对不对？哎，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相信是前面单箭头是打莫雷诺，其实申花在很有些场次他逼急的时候啊。他就把莫雷诺当，然后马丁斯在边上穿，以前是有马丁斯，其实莫雷诺加马丁斯的配合一高一快，哎，这个会比莫雷诺加伊哈洛要好。嗯，以前是有，以前闹的打击了就这样，一打击了就这样。那么要么再以马丁斯，你要么就是什么，就跟鲁能一样打双高，也可以啊，拿了球之后他妈45度炸，那这个上港也头晕的，那也不行啊，他们缺少佩莱，他今天也没45度炸，他没有起球，知道吧？他们今天还是打传控了，我感觉是。传控嘛，申花是可以打点传控的，但是只是可以打一点传控，知道吧？他打传控的技术远远比不上国安。哦，啊，远远比不上国安。我他的传控怎么会就是国安比？上港这两场比赛啊，明显感觉传控，你一定要有一个节拍器。上港以前打传控有奥斯卡在，对，国安有比埃拉在，你没有这样一个节拍器，你打什么传控？对对，申花有谁？花林能现在能做节拍器吗？就他那个样子。莫雷诺呢？莫雷诺倒还可以打，可以做，但是要就是说，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主教练没有这样去安排他。申花，我就觉得今天，反正我说今天申花的三个外援是被上港三个外援是彻彻底底比下去的，碾压啊，彻彻底底比下去的。我觉得他们今天发挥的，艾迪发挥的是还可以。我告诉你，你问十个申花球迷，十个球，九个，还有一个是他妈的傻逼，不去说，
九个申花球迷就会任何一句话，就是什么呢？申花的国内球员不如上港的国内球员，对吧？他这个申花球迷是会信的，会同意的。嗯，那你现在你三外援还比不上今天的上港的这个三外援，那你怎么赢球啊？你肯定要输啊。嗯，对。对吧？现在今天上港的几个外援超发挥的好吧？尤其是艾哈今天艾哈今天表现好，艾哈是今天你看到他几个球？艾哈绝对三个，我甚至认为啊，上队今天表现比较出众的啊，点一下，艾哈一个，蔡慧康这两个腰今天没得话说，蔡慧康也好，活动范围都大的啊，嗯，然后蔡慧康进左边的王晨超，嗯啊，然后贺冠。啊，基本上是完成任务了，把一哈罗掐得死死的。一哈罗一点机会都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啊。魏正啊，魏正下半场啊，当然是半场没打，只打了半场，还可以。魏正还行，就是完成任务，基本完成任务。当然最好的还是奥斯卡，这个严俊林也可以。啊，因为没什么表现机会，就是扑了一个球。哎呀，严俊林有啥表现机会？打门都没有啊。但是两个球，这场球评最佳球员的话啊，非奥斯卡莫属。哦，非奥斯卡还是奥斯卡那。是上港大腿，明年上奥斯卡不在了，上港队就不知道变什么样了。赶紧签，赶紧签，签什么了？延期。你给钱啊？上季2020年上季合同签好，明年的预算只有9亿了，你不要搞错，今年11亿，明年又降2亿。哦，明年我给翔哥充个料。来，小刘，来，这个转播去，不要转，你说吧，你说。2020年2月份啊，博尔特和奥斯卡。2021年吧。2020年2月份，明年合同到期了，奥斯卡跟霍尔克的合同都到期了。霍尔克是16年，申花球迷总算熬出头了，5100，马上5100万要到期了。然后5500意思吧，霍尔克4年啊，5500万。奥斯卡是6000万，4年6100万，这是欧元，100万是经纪人的佣金。100万是经纪人，你这个你知道的。好，那么申花球迷要熬出头了，熬出头了。但是霍尔克讲了一句话，霍尔克说什么？我很喜欢这里，我很喜欢上海。霍尔克讲这句话，我相信的。你相信吧？奥斯卡是不会讲。奥斯卡没有讲过。霍尔克为什么说喜欢上海？那霍尔克年纪到了呀。哦，他霍尔克，我早就你记得吧？我们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说过的，霍尔克是可以在上港终老的，踢到退役啊是没有问题的。哦，他也有这个实力。今天甚至三哥，我认为啊，霍尔克是什么？是主动把这个上场机会让给了。哎，哈梅多夫，不会啊，不会，我认为他自从当了队长以后，对吧？他蛮平衡的，只是一个，就是去年最后两场他也没上，只是一个亚为了亚冠的一个正常轮换，我是这样的，就第一轮就轮换，那不是第一轮，因为周二要，你都说马上要打传奇了啊，因为我们陈总在那个动员大会以后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今年主要目标亚冠和中超，所以要两条腿走路啊。我们今年是两条腿走路，足协杯肯定是轮换了，就是两条腿，所以联赛也要赢，亚冠也要赢，对吧？不要听翔哥胡说八道，我们今年已经提前进入冬训了。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话是陈董说的。那我就说陈董原话是这样说的。那我说陈董，我的意思是已经完成任务了。我来给翔哥补充一下，不是我胡说八道。陈旭元董事长，你不能原话是这样的，我们要借力打力，隔山打牛，你不行。争取联赛好成绩的同时啊，没有说冠军啊，争取联赛好成绩的同时啊，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是放在亚洲赛场。哦，亚洲赛场。但是我现在是替陈董背锅。哎呀，我觉得今年就这样就可以了，我已经很满意了。后面我也满意了，后面佛系看看，对不对？能赢没赢？反正我跟你说，今天这场比赛，来年进亚冠要求不高，来年进三哥，我们要求不高。每年这个绿地给我们送6分，哎，就可以了。哎，这个是重要的，对吧？这个是也是我的最低要求。哪怕其他踢得不好，我这6分必须要拿的。哎，这6分拿，年年6分，接下去呢，能拿冠军呢就拿，拿不到呢也没关系，明年继续。不能拿不到，因为我们拿了一个了嘛。啊，对啊，所以我说后面呢，为什么呢？我们后面这个小牛啊，源源不断梯队啊，我们非常成熟，我们不怕的，虎啸龙吟熬到最后。肯定我们赢的。隔壁呢，梯队现在好像是吹得很的，到了十几比赛当中才黄标。你说起虎啸龙吟呢，我那天呢，你在南京，你在群里呢，你发了一个链接，是什么？王朝的开启啊，对吧？记得吧？啊，我然后我马上跟着翔哥，我就说了一段话。
因为虎啸龙吟的出点呢是三国，对吧？啊啊，我就司马懿和诸葛亮啊，我就马上呢就是说了一句曹孟德的名言，嗯啊，这个是证过的啊，这不是野史啊，嗯，是说就是若无有孤啊，若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啊、几人称王。啊，我下面的落款呢？等一下，你这句话怎么说？啊、再说一遍，若什么？若无有孤，就是如果没有如果没有我曹孟德的话，哎，不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称皇帝啊？然后我下面的落款呢？我不是写曹孟德，我写的是许家印。哇啊啊！许帝啊，许帝，许皇帝啊，无冕之王啊，挟天子。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挟天子令诸侯、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嗯，你上岗，你不要什么王朝不王朝。我许家印还没死，哦，许家印还没进去，啊，还在外面，嗯，还不像那个苏玉辉已经进去了，啊啊，苏玉辉已经这样了，你还没有搞清楚这个，苏玉辉这个属于诈骗啊，传销，这个是要判刑的，啊，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出来几年大牢坐，我真正那我真正的含义就是在哪里呢？又一次就是说借用三国的话，嗯，就是什么呢？其实。有恒大横在面前，苏玉辉这个上岗还真开启不了什么王朝，蛮难的，蛮难。苏玉辉谁搞他的？蛮难的，这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对手。他为什么要枪？你的意思，真正对手不是绿地，啊、是恒大。那我是说王朝啊，你如果说是王朝，我是没有想开启什么王朝的。就如果要搞王朝的话，啊、最。谁哪个上港球迷、这个、绊脚石最大一块就是哪个上港球迷在我三哥面前说三哥我们的王朝要来了我说我就回答他一句话许家印还在许家印还没死你这个话不敢说首先我们要超越他必须先拿到两个亚冠冠军、嗯、才能跟他平起平坐这个全中国人民都认没办法他这两个亚冠冠军哪放了一码对吧、嗯、这个没有哪一家中超俱乐部是代表中国人到过亚冠冠军就单凭这两点我对恒大还是有一点就是小小的敬意啊对不对小小的敬意第二点恒大集团靠足球的影响力是比我们上港要强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次去超市买菜我跟翔哥说过来嗯人家看我穿的上港球衣不认识但是因为我的颜色是红的他说你是那个恒大球迷是吧就是说因为上海吗上海的一个小菜场的阿姨啊，她买菜的阿姨，买菜阿姨，她不关心足球的，嗯、但她知道恒大、嗯，因为我们当年那个颜色跟恒大的颜色都是红颜色，嗯、在她的印象里，她首先是对恒大这个品牌的概念有病，嗯，这个是我们一直要考的问题。小刘，我跟你说，恒大冰泉、啊，你凡是卖恒大冰泉的，他都送衣服的，啊，就马尔香冰泉送一件恒大衣服，所以这种小菜场的阿姨。都知道恒大，就这个就是影响力。我们不能说他们有多，但是影响力很厉害。嗯，你上岗如果什么时候能做到影响力？我们继续送米送油啊！啊，不是这个事情啊，张哥，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是在我们没有夺冠之前，嗯，我们去年夺冠以后，我有一次，今年不是发那个就70周年什么那个改革开放什么那个纪念币嘛？嗯，我穿了一件上岗的外套去，大家都认识上岗，嗯，媒体风向变了，这个就是我很骄傲、很自豪一件。以前在上海人民心中可能是申花，但是现在是上港。对对对，我们不是说申花不好，申花可能就像某一些老牌的那个传统的那种企业，就是它可能上港集团对吧？不是上港集团，老的，比如说我说吃的好了，就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不改革开放，打不出来的，没有，改革开放初期什么益民食品厂、杏花楼食品啊，就类似这种。好了。他没有出光明城，哎，他没有出网红之前，洛阳城这个、啊，他可能是比较传统，嗯，一直是这个。那上港呢，可能就是现在新的这种网红，嗯、可能是什么咸蛋黄青团，嗯，或者是什么那个鲍师傅这种，嗯、什么喜茶这种啊，可能年轻的人会喜欢上港多一点，对吧、啊？我这样比喻，总比喻两个，对吧？比较合理。申花球迷这个认可吧？你们是传统，对，我们是新贵。新贵，一个是新贵，啊、新贵、啊，一个是老，因为社会在进步嘛，对不对？我是老早就讲，明明周围都是啥个，了啥个啊，省级医院啊，广治医院啊，啊，做啊，有可能到卫生局去，是吧？
啊，现在有可能是啥阿波罗男子鱼啊？啊，就是说，没弄个比喻不行，现在有可能会啊，现在有就是讲去卫生局升迁啊，升迁啊，阿波罗男子医院出来了，九龙男子医院，你要跟他新的医院对吧？啊，有道理，有道理，就是私人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和那个传统的就是呢，三甲医院区别。嘛，生活呢就像那么叫自来火，要拔起拔起。阿拉呢现在就是打火机，而且是摩托车打火机。一边开摩托车，搿打火机勿会引脱的。啊，防风的。但是呢，侬到关键辰光呢，还要用自来火，对吧？啊，对。啊，关键辰光还要用自来火。搿有的打火机啊，搿眼眼叫这个打火机打勿响。打火机没底了呢，打火机没电了呢，没油。打火机只要质量好，怎么打的呀？哎，而且现在结婚，点香烟还是要用自来火，因为为啥呢？好扑火机，是的。哈哈哈！哎，侬搿只是啥打火机？哎呦呦 ，LV 啊！哎呦呦，老克了老克了 ，LV。那搿不倒不是显摆这个打火机有多好，这个呢也是啊，这个是我们啊一位女球迷送我的生日礼物啊。哎呦，这个我也是这么贵重啊！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认识啊，这位球迷。当然。哎，怎么有女球迷还给你送这个这么好的打火机？没有女球迷给我送。再问个问题，这个女球迷来过我们直播吧？没有，没有啊。那就放心了，对吧？啊，我就放心了。那他明明的吧？啊，不，明明的，明明的，三哥这个年龄差距太大，都是往年年的，你不要。哎，哪能没女球迷帮我送我打火机啊？侬不吃香烟，侬不吃香烟，这个侬又不晓得，人家又不晓得侬啥辰光生日，对吧？那么我做啥辰光生日，这个交关啥？搞网坛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啥辰光女球迷帮我送？哎，翔哥什么时候生日啊？啊，这个就别问了，别问了，别问了。那个翔哥的生日保密，我说一下。我的生日跟吴磊同一天，谢谢。哪天吴磊过生日，跟我一起比武啊！谢谢亲。吴磊十一月份。十一月份几号不好要讲，晓得个球迷晓得啊。吴磊生日晓得吗？十一月份几号？要说吴磊了。哦，要讲吴磊了。哎，我这个梗就这个话题转到吴磊。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吴磊又要登场了。能不能打进？这场比赛也是相当重要。今天的赛前呢，吴磊呢是发来了祝福的哦，对，有一段视频的。昨天吴磊赛前采访，五星体育放出来了，五星体育放出来。他是说什么？他是因为我们吴磊这个今天说的这个话是比较赛前还是赛后？赛前，赛前，他是比较比较中立的。好，他也不是偏申花，也不偏上，他是说他怎么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上海德比啊，就是说他在遥远的西班牙啊，也在关注啊，上哦，他希望就是说赛术水平啊，两个队都赛术水平，就官方的一些话嘛，对不对？对，就是说，哎，我好像生活球迷听了还没色一的，现在好像自从吴磊去了西班牙，现在申花球迷也不黑他了。这个是对路的啊，这个申花球迷对吴磊也蛮好的。你把红皮脱下来了，我还骂你什么呢？哦，他也穿啊，对对，那这对不对？蓝白剑条衫啊，你这个是没有道理，你再骂他来了，对不对？其实我还想讲一句，吴磊在中国有好多人都说他踢得臭，实际上默默关注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就是嘴巴上说他特别臭，晚上回去以前说他臭的，我告诉你，都是为什么？都是大家是一个竞争对手，知道吧？啊，上岗的有故意黑你啊，贬低你的这种故意的啊。那么现在走了没有竞争关系，利害冲突的，那为什么他？所有的，我相信所有的中国球迷都会都喜欢他，认可他是中国第一，不管喜欢不喜欢，你是中国最好的球员，这一点目前是对吧？目前好像刚刚爆出来，他的身价450万欧元，450万英镑，我们讲英镑的，450万英镑已经是中国身价最高的球员，超过申花了啊！来，我们给翔哥给三哥一条特别的礼物啊。是什么礼物啊？来，看一下。西班牙，这个三哥我就送给你了。哎呦，这个很贵重的。这个是巴塞罗那带回来的。这个贵重了，这个礼物。三哥你喜欢吧？这个这个是这个从巴塞罗那西班牙人主场买的。Vesca Español。Mucho gracias。翻译一下什么意思？西班牙人万岁，谢谢。啊。三哥，这个三哥把它带起来吧，带起来吧。好，这个很贵重的礼物，我想要还拿不到。我想要，我从巴塞罗那叫朋友带回来啊。哎呦，你看我们小你喜欢吧，满意吧？小刘有的时候对吧？哎，侬这个好就帮小刘，女朋友帮你多加到两个。哎，这个不是因为送了你加到两个，没，哥我要讲句实话，对吧？搿巴塞罗那打回来，浴巾也拨侬了，搿么总归侬帮伊加到两个，成功勿成功来伊自家，勿是名人，勿是蛮好嘛？搿么？
那么一个那么好了，兄弟。对呀，那么一搞不定嘛，侬再介绍两个。搞不定嘛，想办法搞定呀。但你围一围好吧，这个拉出来漂亮一点。你这个、啊、怎么弄？怎么弄？打个蝴蝶结。娘家死了，看看他的。死了，死了。不是，你就给大家看一看西班牙人啊。啊，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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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意思好了。百年俱乐部，我港也要做百年俱乐部，1900年到现在。哦。三哥看一看上面标准。大家看一看，哎呦。啊。哦，19要上来下1900。1900年。下吧。下下。三哥把他那个反过来。S86。S86。S86，那翻过来，翔哥你看，反过来1900，看到没有？这边这边反过来啊。这边来反过来，那1900那几个字，对，1900年开始西班牙人去了。哦，1900，哎呦，这是100多年了。百年啊，180几年了。180年，西班牙的礼物送给三哥，哦，表示你我的 friendship 友谊，好吧？友谊地久天长，友谊久天长。希望那个三哥好好珍藏啊，好吧？可以，布雷都没把你带去，哪个没把我带去？布雷。无聊，我不行的。我虽然跟同一天生日，我很开心，但是我的水平达不到这个。啊，你刚刚那句西班牙语再教我们一下。Vesca español。Vesca español。就是加泰罗尼亚语，可能说的不太标准。加泰罗尼亚语 Vesca español。español 啊，因为我明年也要去巴塞罗那看西班牙人。后面还有一句，我先学一下。还有一句定语成语。不是今年吗？啊，明年。我买的机票是明年一月份的。过年的时候，万一他转回来，所以我很担心啊。哎，转会只要不出欧洲啊，不要去欧英超，我都能去的，因为我到了西班牙可以，我到了西班牙我可以到意大利，可以到法国，可以到德国，还有半句，千万不要去英国啊，英国因为签证不一样，劳工证难办，劳工证难。对对。还有半句是 mucho gracias，mucho gracias， 谢谢。啊 ，mucho gracias。前面一句叫什么 ？Vesca español。啊 ，Vesca español。啊 ，mucho gracias。mucho gracias。mucho gracias。啊，可以吧 ？Vesca español。但是我们天狼星里面有正宗西班牙语的，上次翔哥在群里是学的，学的。哦，我那个水平绝对比我高了。哦 ，mucho español。Vesca español。我已经学，我已经算是语言天赋比较高的。哦，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学一下，大家学一下啊！申花球迷也可以学一下，上次万一到西班牙，也可以去看看，啊，观摩一下，观摩一下，可以，可以，可以。谢谢啊！啊，谢谢，谢谢，谢谢小刘啊！维斯卡给斯巴尼奥，谢谢小刘，谢谢明啊！啊，这个跟明明有什么关系？对对对，是我个人送给你，跟明明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明明在这个群里面吗？在在在，明明是天狼星拉瓦战团花，啊，团花，团花。他也在看你这样的人，他翔哥他还看不上你啊！这样的我们都这样讲了，他还看不上你啊！你多么优秀的人！哎，不行，我上个厕所，上个厕所。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的妈，你这也是阿斗呗？你简直扶不上去呗，你知道吧？要是我今天晚上随便我介绍一下，我晚上怎么样？我肯定陪着他上班。是啊，我怎么样？我要是不想陪着他，最起码。呀，就是哎呀。直播刚刚啊，真的明明在一米几，不好意思了，明明我了啊，这个价值说一下啊，尺寸好了，神速，在这条围巾是15欧，西班牙人官方哦，15欧元，一直来钞票，三哥不要钱，我不要钱，我是告诉一下，如果想买这条围巾的，不管是申花还是上港的球迷啊，请关注西班牙人官方微信。好吧，上面写的是15.78欧元。但是你这个是西班牙买来的，他那个是中国的。没有没有，也是西班牙那个快递过来的。快递过来的。哦，哎，可以。我在做生意啊。我没有做生意，我是叫大家关注一下西班牙人官方那个。哎，我也做过生意，我正好是多一件球衣。什么球衣？就是那个西班牙人，因为我穿不下，它是 XL 的。我要穿，我可以穿，我要穿两 X。我是 XL， 你是 XL， 你不能穿，你一穿他是卖好人送的。啊，你要是穿，那就卖卖啊！我哦，卖才有价，随便你能穿就穿，不能穿够了我大哥，我家里是不是？我上次去西班牙还留了点欧元，我到时候付欧元。翔哥就算了，翔哥以后穿上有机会。XL 啊，有要的可以联系。上面印吴磊了吗？不是印吴磊的，是吴磊亲笔签名。那我那你啊，不要问了，这个事情，这个他妈的，这个吴磊跟我很要好的，你这肯定要。考虑一下我的那个啊，感受，先考虑一下我的需求，需求啊，如果我实在穿不下的，你再送给别人。吴磊呢，这次说了，就是说呢，他是第一个呢，他是这个西班牙人的这个球衣啊，这吴磊原话啊，他本人说的啊，他这次呢，帮忙签名呢，是签在了背后，啊，就是这后面啊，因为什么呢？他说呢。他说他这个球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由于他那个蓝就是蓝白条的嘛，他说签在前面的不好看，看不清看不出，嗯，
只能牵在背后、哦、啊，他这是牵在背后，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他这个料子啊，跟我们这个球衣料不一样啊，他是球员版的，不是，他这个料很奇怪，很难牵，我容易掉色啊，很难牵。我给三哥解释一下 啊，康美这个品牌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拿到的是福建转到欧洲的，出口转内销的料、啊，他们那个呢？他们那个是西班牙找的，是泰国当地。啊、在做的面料不一样，面料不一样，所以这个球衣有泰版和中版、啊、两种，我就两种都买了、啊。下次我拿给大家看一下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啊，这个有什么差异？差异料种啊，好的，第一轮的球衣反正不急，后面每一轮都要、啊，每一轮都要，对对，不要急，不要急，有的是机会。新赛季马上礼拜三也要扣球了啊，礼拜三礼拜三要看亚冠、哎、是吧？嗯，不要急啊，怎么样？啊，我粉丝们，我们刚刚吴磊亲笔签名球衣啊啊。想要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啊！啊，这个估计轮到你们的概率很小了。这个东西啊，先下手为强是吧？后下手遭殃。嗯、那以后还可以有啊。啊，以后关注三哥的直播，我再给大家提供一条围巾，好吧？哦，母子，母子吧，一条围巾不算多少钱，嗯、可以，好吧？西班牙人，官方多少钱？15.78欧，十五点七八欧是多少钱？一百多，乘以7.8，120块钱。120块。他球衣这次买的是84，84.79，84欧。应该是600多。600块钱，600块钱人民币。还有加上退税什么？对，就跟一件 N98的价钱是一样的。差不多，也不贵哈、啊，但是快递费不便宜。对对对，不是关键签名，将近大概、啊，关键是签名，签名不就是要来了？他附在哪？签名嘛、哎，三哥，我们话讲回来，因为刚刚球迷也说，细话说多了，就是还是讲到吴磊这场比赛，你是怎么预测这场比赛的？就是说，我认为啊，就是说这巴利亚多利德是吧？瓦拉多利德，其实比较准确的读音是巴拉多利德，因为西班牙文这个 V 啊是读 B 的 ，V 读 V 的 B 对吧？对对对，对以前应该是巴拉多利德，巴拉多利德啊，对了，对以前有这场比赛啊，主场是要抢分的。好，为什么？因为呢，后面呢是接连对着这个赫塔菲，反正三月份三场比赛里还有一场是对毕尔巴鄂啊，毕尔巴鄂是主场啊，赫塔菲、毕尔巴鄂还有那个巴萨啊，这几场都不好，都蛮难踢的、啊。两个主场，一个客场，对巴萨是客场，其他这剩那个两个是主场，但不好踢。嗯，赫塔菲现在是排第五。啊、对吧？要贴欧联杯的，比尔巴鄂你知道的，这个球队很硬。我就觉得反正不会降级就 OK 了，啊、明年镇压要争欧冠。啊，想想看，比尔巴鄂进去队这个是个很妖的球队，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很妖的球队。啊，他也是比较非常非常就是说特立独行的，他不用其他籍贯的人的啊人的，他是那个只用地方巴斯克那个地区的啊，他只用自己的球队，他靠法国啊，靠法国，就在波尔多的旁边嘛，离波尔多很近。巴斯克有分离主义者 有。那么他这个基本上他有一个习惯的，嗯，他就是刚能做到这一点很难的，嗯、尤其现在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上海的一个我只用上海籍啊，哦，啊，不是上海的我不用啊，干嘛？啊，这么想，脑当吴磊不能，格格没老卵啊，外援有啊，外援啊，外援有的，就是本国内球员啊，只用啊，内援他只用、哦、啊，可以，这个蛮，这个那我们上港做不到的，吴磊是上港神话都走了，上港神话都走，神话是早就东北话了，对吧？对，我神话现在一点点，神话现在一点点在改变，不是一个球员吴亦臻啊，买了鸡王啊，他去东北话啊，去东北话。就孙思林这家伙今天这种表现，我告诉你，肯定早晚要卖掉。孙思林早点叫你走吧，何况这个比赛还不来着。帮周俊也补，马伯龙4000万啊、嗯，周俊尧呀，周俊尧以问题是大连表演，现在说话不算话了，脸都没了。不是他不是他不是大连人呀，啊，他辽宁的，他沈阳人啊，大连人很多沈阳人嘛，两个毛头、哦、要抖起来呀，抖啊才能哦 ，YP 搞啥么子？对不对？辽宁 YP 啊，因为大连人不是刚才那东部人嘛，对吧？啊，我是山东省，不大连市，不是，大连人是这样说的，嗯，就是除了大连以外的其他城市都是东北，啊，大连原话是这样，大连是属于山东的，不是山东省大连市，大连的行政区是辽宁大连，我知道啊，我他属于那个，但是他既不想属于山东，也不想属于辽宁，孙世林是去不了的。不会要他的，
对啊，水平又没有回，又没有回水平。沈阳降级了，只能在申花混了。他这样还能混多长时间？这样的踢嘛，这球球风肮脏的。球不行。那今天还给他淘了一个红牌。都是泪点了，这个说的对。他这样申花看他也怕，对不对？两场一踢，他看他也怕。不是，他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申花把秦升送走啊，是个败笔。哦，秦升不应该怎么样？秦升真的蛮好的。蛮好用，他至少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秦升还是在国内的。申花为什么要把秦升卖掉？我就觉得秦升有点像郑智那种角色。为什么要把秦升卖掉？这个叶落归根嘛，只能来这么大连人嘛，对吧？而且现在王健林又是要重建王朝，是吧？那意思讲，秦升在那里还能踢几年？我估计踢个年把，我估计都是上不了主力了。秦升年龄毕竟大了。对呀，他现在在打造自己的王朝，必须要一个得力的干将，对不对？像秦升，我估计踢一年就踢不了。啊，周俊迪系，对的，这个沈亮说的对的。哦，周俊的，周俊的人，周俊到哪里他就去哪里。沈亮是五二四的呀。对对对对，沈老师，这我们那个是的，我们那个兄弟啊。那我觉得吧，是这样的，那个大连，你一方面说是情节，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啊，可能是怎么说呢？大连，我们充电宝。我现在大连这个吸引力会不会是世界名帅崔康熙等人来了以后，我这个属于细说，不是号称秦教授会多国语言吗？八国语言，八国语言是不是要去那边这个进修一下外语还是什么？这个是细说。那我个人今年其实对这几个球队是蛮看好的，一个是哪几个球队？大连啊，一个是山东，为什么是啊？因为号称是啊，还有富力啊，号称什么费莱尼来了，号称哈姆西克来了。哦，明天可以大家号称登贝莱来了，明天可以看看富力。明天因为我们没比赛嘛，看看富力，看看吴磊，看看吴磊啊，可以，对吧？我呢，你对费莱尼还有登贝莱这，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富力呢。也不会，今年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起色，会比去年成绩好。然后大连呢，我觉得呢，基本上还是保级，还要啊，大连还是保级，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内外援。鲁能呢，我今天看他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还没去年好。他尔德利的作用啊，难以替代。哦，他这个中场没有随塔啊，就是说，他不是买了一个国安呢？我看啊，费莱尼不行吗？国安是比去年要真。要补强了，但是呢，夺冠呢还不行，差口气，国安不行啊，山东不行，富力看看也不行，恒大和我们了，恒大啊，唯有恒大，你觉得今天恒大表现怎么样？我没看，哦，但我不看我也知道，啊，这场比赛不算数啊，我算教学赛，教学赛，天津天海有恒大在，上港很难开始一个王朝，哎，不敢说，我就觉得今年的恒大不成熟啊。要把明年的恒大你这么说，咱们拭目以待。三哥，你这么说，我就感觉这个上港队有点像当年的那个 CBA 的东方队和八一队的感觉。本来呢是可以耗死他的，知道吧？没耗死，我没耗死，被他一口气缓过来了，知道吧？那就难了。他现在年龄结构又很好了，二三五啊，这球员啊。我说了嘛，今年的他依然是他现在呢，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他不怕了，知道吧？他板凳长了。什么呢？他可以保持那个 U32的这帮主力，依然以这帮人来打天下。但是哪个不行的话呢？他马上补伤了，而且呢，队内的竞争模式呢也开始了。对，而且他这个规章，恒大的管理规章制度，恒大的管理一直九不九啊，就必须啊。这个你不要说，你不要看这种啊，民营企业。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这种啊，收到这了嘞是。中超里面啊，没有人情味，传销好到头。我们是大马，不是传销，要从南转，不是传销，关键是私人老板，私人老板是不讲人情味的，不讲没有什么人情的。你行就行，你不行你就下岗。你不要看什么九部什么这个规章制度啊，我告诉你啊，管理中国球员啊，还就是靠这种东西就是啊。我们上岗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对吧？隔三差五一大会只去一趟，申花球迷说：“哎呦，这个真他妈做隐杀，哎呦，难的。”我告诉你，你错了，就靠这个东西。申花队里有没有党员啊？有的吧，这个应该基本上还有。没，申花球员里面没有党员。球员对吧？啊，球员。说球员有党员吗？
就是好像没听说过曹云就是曹云定是党员，应该就是他这不是第一次跟他们曹云定、啊、这个不一定的啊，曹云定应该不是的，不是党员，是的，他妈吃喝嫖赌都来的、啊、党员了，这个吃喝嫖赌这个属于那个违反党章党纪要开除党籍的，这不是的，这个你一旦入了党以后啊，这种东西啊你肯定是敬而远之的，这个黄赌毒这种东西你不能碰的、啊、一碰就是开除党籍终身制的，这个曹云定肯定不是的，我和三哥我们都是党员，我们很清楚，那现在这里面有几个，就是我港我港好像是五个吧，四个加吕文君刚刚入党，上港火线入党啊，上港队的吕文君不是去年一直在飞机上看党章嘛？啊，你不是跟他们一班回来的吗、啊？火线入党啊，火线入党。那个小姐不是韩国回来的时候看他们都在看这个吗？啊、对吧？于海在看上港的上港队呢，就是说我其实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一直是他其实是最配入党的，各方面。啊，他要求，但是他始终没有入党。吴磊吗？哎，吴磊。啊，他没有入党。吴磊是不是？吴磊肯定是发展过他的，他可能是你知道吗？岂止是发展过，对吧？我相信是每年都会催着他、哦，你这个申请可以交了，对不对？不是啊，陈董上次开大会都说了呀，嗯，对吧？哎，一个徐指导，你以后啊从政啊。就要我讲，嗯，从政，对吧？从政今天也上场了啊？不是，我说的是要从政，那这当政客了，好像没上，上了吧？从政哪里上了？上了，从政上首发呀？首发啊？没有，从政是替补，替补是吧？踢八分制啊？啊，对，替补啊，替补上，替补。这不你在你是农吗？申花现在是实在是，我觉得啊，是没有人他才排出这种阵容。平时呢我们开直播呢尽量的避免说申花，对不对？因为呢跟申花没什么关系的比赛我们老是盯着申花说也不太好，对，今天呢我们可以啊畅所欲言来谈一谈，这因为就跟他们踢的啊，今天我暴露的问题、对吧，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好像今天说上港的内容倒还比较少，都说申花的内容、啊、分析申花比较透，其实上港呢就是现在呢越来越沉稳啊，我们上港队啊就是说好像呢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既挑不出什么毛病、哎、毛病没有毛病、啊、也没有什么亮点，也没特别的，这个就是佩雷拉过这种资料、啊、因为是这样说、啊、以前呢，说今天碰到的对手让我们无话可说，上港队啊，因为以前呢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吴磊啊什么这个高光的表现，两场比赛对吧，应该说中规中矩啊，就是说我们上港队啊应该说已经是可以已经体现出一个啊，一个新的一个面貌啊，新的一完全一个新的打法啊，新的人员组合。我倒期待他跟如果说前五轮能够保持住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三中卫啊不得不服啊。这个在里皮都没构建出来的，你就说佩雷拉这个三中卫的战术啊，如果能够保持五轮，外教特别喜欢三中卫。外教喜欢三中卫是什么？教练他没有新东西。啊，那么跑到中国一看，你们都没打三中卫，我来，然后他说我来吧，对吧？那个佩雷拉、卡纳瓦罗、啊，还有那个以前里皮、意大利、葡萄牙的教练都喜欢用三中卫。对对对对，本来就是西南欧，他比较盛行三中卫嘛，尤其意大利嘛，对不对？对对对，那么但是他说到中超来呢，他是什么呢？其实足球战术就这点。我早就说过了，对不对？42我们吴金贵已经研究透了，对吧？啊，那么你还有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因为你剩下的那个4-4-1-3-2、4-3-3变形啊，都跟42是42的变形啊，都大同小异，对不对？啊，那你只唯独是三中卫，这是彻底内容啊内容改变了，所以呢，我相信外教呢他会都会愿意去教。中国球员，我今天呢，三哥啊，我也没想到佩雷拉今天会继续打三中卫，嗯，没想到，而且让于海去打一个中卫，嗯，顶替魏征，这又是没想到，哎，这个我也没想到，本来我于海是边后卫，对吧？打边一位，但是呢，小刘刚才说的话就是说，一个32岁的球员打边一位要出事，上得去是下不来的，下来了就上不去了，啊，嗯，这个352最主要的就是左一位和右一位，当中三个中卫，啊，然后前场是。一高一快配置，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上午这个是五个，当中三个中场是什么呢？是两个中前卫加个后腰或者前腰，或者是三个都是中前卫。为什么最近我对那个战术研究比较透？可能是跟我最近玩一款FIFA足球游戏有关系。就我一直用我们上港队，试了不同的阵型，得出分数最高的是什么？我港还是四十二，是352，我港那个得分很低。你这个阵容里面有没有吴磊？
我这个阵容里面没有吴磊，我排的是李胜龙加二科森的前锋啊、哦，然后三个中卫我是排怎么排的知道吗？就是你的尝试里面四十二还是最拿手的，对不对？四十二他系统综合评分也是最高的，根据非法他的测算。张宝仔在不在？张宝仔。啊，张宝仔在，明天可以，明天可以研究一下，明天可以研究一下，叫他要那个数据 啊，数据发一下，他那个公众号叫什么？张宝仔不懂球啊，其实我觉得他蛮懂球的，他现在走技术流了啊，技术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就比较专业。中卫是这样，我的啊，中卫刚刚说的石科贺冠是左右两边铁定的，中间我放的谁呢？是魏征和于豪轮换。因为有体力的问题啊，就是于豪和魏征，一场于豪，一场魏征，啊，然后两边呢，我是放谁呢？我是放的，左边我是放着那个王申超，右边我是放的胡欢，我把于海作为那个替补。三个中前卫我放的谁呢？三个中前卫我放的是张一，林创义、奥斯卡。有的时候如果是张一伟可能年纪比较轻，我就是左边右边，左边是奥斯卡，右边是那个胡尔克，当中一个中前卫，因为老蔡可能要防守多一点，艾哈或者是林创义轮换，两个前锋我放的是李胜龙和那个奥克森，我是这样一个配置。张一是可能今年的上场机会不会太多。我知道，我就是系统给我评分评出来，其实张一这个水平还是，我认为啊，第三个说啊，啊，既然说到这个技术了，就是说，我认为呢，今年呢，上港呢不会一直打三中卫，虽然已经两场三中卫打过了，你还是认为可能会变阵，会变为四十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后卫没有那么富裕，四个中后卫我们只有啊，于豪、魏正、斯科赫，于豪就算了，就是能够用一用啊，不用。你一直是黑于豪的啊，我黑于豪，你黑了很久了，就是因为宝宝说了于豪啊，对，我同意夏洛特宝宝的观点，但是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就像我们看魏征一样，他两年前搞不过曹云定，他现在体格长起来了，他就给扛住曹云定。魏征我一直看好的啊，那你也要给于豪点机会嘛，啊，说不定于豪就踢出来了，对吧？虽然他身板还是比较，你知道吧？非法。国际我搞了一个陈冰冰走了吗？陈冰冰在国奥队受伤是吧？啊，受伤了。那个于豪啊，国际足联包括那个，我认识一些就是经纪人啊，西班牙还是什么外国荷兰还是德国的一些经纪人啊，对上港队评分里面于豪的评分中位里面啊，一直很高的啊。你虽然你说我知道你个人是黑他黑的比较多。但是，三哥不是黑，三哥是评价。但是很多经纪人啊，包括那些数据，就是那些经纪人牌照，就是能买卖球员的这种经纪公司，他们有一本专门这种测算的书里面，那个于豪的分数和魏征很接近的。那要么干脆这样，把他弄到德甲去镀镀金，德。我有一个小的账号，是前申花队。有个叫姚立军开的经纪公司，一个朋友给我看的啊，国际权威的那些西班牙的那些经纪人对我港的于豪一直很评价赔钱的，有一些小的球会其实是外国啊看中他，有一些小的球会看上他，不是这种五大联赛，嗯，就是欧洲或者是东南亚一些二级联赛，什么韩国的 K2， 日本的 J2， 都有些看上他，小球会看中他。我虽然知道你一直黑他，但是有这么多，三哥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次就是2月28号一下子那个不是官宣很多球员嘛，转会嘛，就是包括南通之云啊，对啊，昆山 FC 就是很多球员要么转会要么租借，你对他们你怎么看？我认为呢，这个呢我最最看不懂的也是我非常不认可的、非常不认可的、是什么？是姜子磊的转会转到武汉。对，你就认为叫江子里这个可以，中场可以，可以。哦，作为一个右边路的突击手，我不觉得啊，上港啊在后备力量上面有谁会比啊？因为江子里的特长就在边路，对不对？嗯。那我们左边路的话，有陈冰冰，啊，没什么问题。他可能将来就是这一路就是交给右边路有谁？右边路，你如果把江子里拿走的话，那还有谁？我李文杰吗？
他好像现在不越来越像中锋了。他是打中间的，他是靠中间的啊。那、那如果说你说目前队内没位置，那你把张子磊租出去，租借先租没有问题的 啊，就不要卖。你直接永久转会的话，而且关键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310越来越少了，对吧？我们上海本地球员越来越少了。嗯、啊，张子磊是。国际足联的评分的那个给了邵刚两个、啊、两个右边的右边哪两个一个是孙俊港、嗯、一个是还有一个江子磊可能还没进一线阵容但是那个孙俊港孙俊就是那个经纪人公司给评的是孙俊港经纪人公司你说了半天经纪人公司的他凭什么他从哪里的依据、啊、他是从那个就是大数据啊他这个大数据是包括那个中国足协在亚足联注册的这些因为在中国足协注册你要因为我港是参加那个亚冠联赛的、嗯、他这个亚冠联赛他是有亚洲经纪人公司注册这注册必须亚冠注册以后还要亚足联还要在国际足联报备的对不对不是他作为一个球员评分高评分低他从哪里来的数据啊他是有一帮球探专门就是研究这些小朋友的。他有看着他们的球有我看得多吗？我知道你看得多呀、啊。我知道三哥就是我是拿一些就是国际足联他的那个买卖经纪人上面的一些数据。这样子呢，我们是在 U23 联赛联赛看的，对对对，看的对不对 ？U23 联赛，他有一帮经纪人，就是、啊、他确实踢得很好。从你边路三哥从你14岁，比如进了一线队。啊这个球，但是你发现吧，这次佩雷拉就是选了。于豪在14岁的时候很强，我对吧？我同意的。所以说他的分数高。但是为什么到了20岁的时候啊，于豪啊，他身体没长，还是原来那个，他还在踢中卫。你这个身板踢中卫，开什么玩笑嘛？比艾迪还要瘦，扛不住啊！你怎么扛啊？你就应该要么就是说什么，你换位置。现在就是，其佩雷拉就是选上了杨思源。就是没选江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当然了，杨思源也还可以，但是我就觉得呢，就江泽磊呢转掉转会就卖掉了，就是说这个有点可惜，有可惜的，可惜的，因为对他像这种球员，我实话实说，如果在申花队的话，都是宝贝啊，他会被申花买过来的。你看着好了，我今天放个屁啊，江泽磊肯定，因为他是上海人，他肯定会回来的啊，出口转内销啊，过两年又是从小是申花球迷啊，那么怎么办？这么说吧，从小就是看申花长大的，他是申花球迷是吧？啊，他不是申花球迷，我没听懂。他申花球迷，江金山的。申花队呢？他现在做的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收罗很多上港队啊，收罗老东亚，对上港转出去的，他都收回来。只要你是东亚出品的，孙凯啊，包括这个这个就这次转会的啊，这个吴亦臻啊。都是以前跟为什么呢？那我都搞不懂。那个崇明基金跟他浑身不搭嘎，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在坚守上海本土文化啊，本土球员嘛，他要坐实你上港队是 YP 队啊。那你意思就讲，我这样讲，你知道对不对啊？徐根宝所的培养，他没有他，因为绿地跟那个申花没有投入，他觉得他是一个败笔，可以这样讲吗？没有投入啊，就上港也没有投入啊。跟他不搭嘎呀，所以讲跟他不搭嘎呀，就觉得好像他的一些就是徐根宝的一些作为，就跟他们默他们也不搭嘎，跟他们浑身不搭嘎呀。他现在再把收回来，觉得是不是觉得好像他妈上港申花在这个青训方面是不是觉得有点错误？不是，他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要把上海球员，那我不管踢得好踢得差，好像某基情一样啊，全部收回来。他这个队就是上海人310多。哦。这样子的话呢，他会，他不过就是要一个本土，就是要一个本土。我成绩大连有点，我成绩比不过你，对不对？只能但是呢，比这方面，我在坚守某一样东西，哦、对不对？他总会，否则的话，他这个那就是什么都比不过你，那就是一种牺牲咯，对不对？啊、对吧？我因为我坚守了这样东西，所以我成绩比不过你，也可以反向这样说，对吧？今天吴亦臻也没上了啊，吴亦臻也是上海的，不，今天上了吗？其实我觉得上海其实也好多啊，今天对啊，上海其实也好多，今天。关键问题，如果申花就是一个球队的话，上海的申花能组一个队。现在关键问题，吴亦臻他今天也没上。那问题是现在上海不行，你全部的这些球员不行的。我知道不行，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球队是肯定有的。如果是同时一个城市有两个球队要本土，那就很爽。嗯，包括广东也没有啊，对不对？广东你说上港队里面如果硬凑11个人也是有的，但是你这样踢的话，这个球队你就踢。不能有吗？踢比赛世界要有十九方吗？有十九，世界好的俱乐部，我们说曼联吧，曼联的英格兰本土球员已经算很多了。
他也只占到五到六，他还是要。巴萨就不谈了，巴萨嘛。为什么有西班牙人对战巴萨？就是西班牙人用本土本土球员去对抗国际大牌，这就是西班牙人当时舰队的。这就两条道路嘛，哎、两条道路，对吧？我觉得，因为他没办法去学上港这个成绩，他只能去搞这种所谓的本土。而且那个曼联是九二青训一代的曼联啊，是五到六个人，就是两边的内维尔兄弟小贝、吉格斯，准确说吉格斯不能算一个，应该是威尔斯、吉格斯、斯卡尔斯、斯卡尔斯是前面对吧？不知道，对。苏梅切尔他也不能算那个，他是丹麦的，他是丹麦啊，也就是说是两边加上中间，嗯嗯，加上以前的谢林汉姆，对，因为我之前可能是很久的曼联球迷，好，你以前也是在曼联长大的，其实我在说到这，我可能不是从那个，其实，在说到这件事情上，我是想说的是什么呢？所谓的坚守上海本土文化，这本来就是个悖论，嗯，好，为什么是吧？申花他好像一直想这么做，对，我也觉得。然后申花球迷呢，天天挂在嘴上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哎呦，那我们在坚守，啊，人家坚守什么呢？嗯，不是，你坚守一样东西，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顺应时代，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时代现在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已经是。海纳百川，朝世界大同的这个方向在迈进，大踏步迈进啊，大踏步迈进，地球村，对不对？你现在做大市场，大数据，啊、对。那么在我们中，在我们中国来说，现在这个地域界限啊，已经基本上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了。刚刚你听听，阿拉老早看球，有这个种子是吧？远征，阿就卡比当嘛。我今当天当着来回，哦，搿勿可能，对吧？我北京看完球，我还能赶回来，我抓把劲，我赶回来了，来不及，对不对？伊拉手里拿个小胡子，明明啊，广州看完打飞机飞回上海，第二天早上还上班啊，可以吗？不可以，不可想象。因为为什么？时代发展了，高铁啊，真的高铁，所有的东西啊，你就是四个小时复兴号。因为我一直在外地跑，我感受很深的。对，一会儿窜到东了，一会儿窜到西了，对不对？然后一直在这边呆呆，那边呆呆，你好像可能你会觉得人生很漂泊，但是你同时也会带来一个感觉，好像就是说城市和城市的距离、就是说啊，拉近了。你说好像为了自己的事业啊，如果凡是干事业的人，离开家乡变成一个，以前我们说哎不得了啊，离乡背景啊。哦，出外打工啊、去赚钱，现在还有什么概念了？现在很正常的呀。对对对。是吧？现在很正常，你外地人到上海来，是不是？上海人到外地去也有很多。而且，三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从那个美食的角度来讲啊。啊，美食，对吧？我在上海呢，什么菜都吃得到，四川的，贵州的，西北的风味的，对吧？北京，火锅，广州的粤菜，都有淮扬菜，什么都有。我跑到重庆去，也是什么菜都有，也是各地方，你想要吃什么口味，哪怕西餐都有的吃。这个就是没有差异化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你申花球迷 啊，天天说我们在坚守上海本土文化，那我想请问你到底坚守的是什么呢？他说呢，我们都在说上海话 ，OK， 可以的，你都在说上海话，那么难道你说了上海话就可以把上海话就是全盘继承下来吗？明显也不是，对不对？你申花俱乐部，你的官宣，你上电视节目，吴晓辉讲话也都没有说上海话。哎，对哦，对不对？你的新闻官，对吧？马跃从季宇阳到杨毅，也他妈的不是上海本土的人，对不对？重庆的，重庆啊，对不对？啊，这个你难道你这个不你自己不就在做一件海纳百川的事情吗？啊，包括我们也知道海派文化的宗旨是什么。啊，我们这就我们不要提海派文化，包括我知道申花球迷里面，申花球迷最喜欢你来跟他谈海派文化。我知道很多申花球迷里面还有浙江的、江苏的、还有福建的、广东的都有的。你本身对吧？你一个球队的主队也好，对吧？你的球迷构成也好，应该是什么？只要你啊，你的心里有蓝色，你就是我的兄弟，对吧？这个是我应该是申花球迷应该说的话，对不对？你不而不是什么？你不是上海人，310，滚你妈的！强调310，申花球迷哪有这种事情？你本身这个文化的，申花有过这样吗？没有，有，天天在说，有，沪上代表，沪上代表他天天在说，
就是他是刻意的去、啊、你今天在虹口你没看到吗，这么大一个横幅，上海名片申花球迷，他就是说我现在我申花球迷是变成了上海的一张名片，而不是申花俱乐部是上海的一张名片、啊、他现在是公开这么说了、哎、对不对，我申花球迷是上海一张名片、啊，这其实这个数据是很大很大的，这也是像我们来自上海讨厌申花球，其实我非常喜欢申花球迷里面的氛围，你别管氛围是好，就是你前面说了他比上个好确实好，但是我就讨厌他这样的，就跟你说的那样，他有好多他说外地人这样那样，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呢，我们一种，我一直早就我在前年的时候就跟申花球迷就为了这个事情争论过，我说是一个先进性的问题，一个思想的先进性，一个球迷文化的先进性，对对对，对吧，我们上港球迷不能落入这个误区，对吧，我们有些球迷也是同样的啊，就比如说我曾经在就在我们群里啊，我就跟乌托伦团子，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赤诚的上港球迷，但是呢他就改不了这个脾气，凡是呢什么呢，就是看不起外地人，外批啊，外批动不动就是我外批，参加我还领他，如你跟他跟申花球迷争，非要跟争成什么的，非要把外地人这个三个字呢扣到申花球迷头上，他说我才是上海人，你申花球迷都是外地人啊，那么这不就是招了落入人家的套路、这个、套路了吗？这个、不对的，对不对、你申花球迷最好你去跟他争论这个事情了，对不对？那其实你去争个什么呢？我没必要争，你好 ，OK， 你是上海人没有问题，你想代表上海，你去代表上海，我代表的是最先进的足球，对。我不是要代表什么什么地方的人，最先进的文化啊，足球文化、啊，对不对？上海的荣誉是靠成绩，啊，靠技战术水平，靠这个，而不是说你会说上海话，你可以在全国球迷、全国人民面前长脸，啊，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看到一个人跑过来，他说：“哎呦，这个人会讲上海话，哎呦，真行啊！”有人会这么说吧？不会这么说的呀。对不对？你这话说对，真的是。而且我那天就是，他是程序员，不是那开那个动员会嘛？啊，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嘛，就是这个几座奖杯，嗯，是我们城市的荣誉。对，这个才是我们城市的荣誉。对，就是超霸杯，啊，超级杯，火神杯。对，然后还有两个 U 二三的 U 十九的，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要去争取的荣誉，对吧？这是给而且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城市市民。带很大的快乐，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争取的。申花队今天的这个比赛啊，从球员到球迷啊，到看台上球迷，你们都概括出来了，显得暮气沉沉。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说的，你不能老是活在怀旧中。对，人不能老是天到晚的，不是我这个年龄了，我也没他妈三天两头去怀旧。老是想着他不是想前两年怎么样，而是因为他现在的成绩拿不出，他只能活在过去的啊！你不能老是看要往向前看。啊、你说，我就有申花两个字，啊，这个申花25年了。那很简单、啊，如果现在反一反，连牌子上就写上25周年，啊、对吧？对吧？啊，就是外面的那个、挂在那个体育场外面的。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现在申花的成绩跟上港差不多。啊，那他就不会回。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他永远是抱着、这个、不简单是，我们不以胜败论英雄。我不简，我想说的不简，不仅仅是一个成绩的问题，哦、知道吧？你在做干一个事业，想的问题，你包括你的人生旅途，你永远要想到我未来大无穷。你这样，你的人生才有奔头。因为不要老是抱着什么95年这个冠军。老是抱着、哦、我申花是冠军，未来大无穷，95年这个冠军，那你有什么用呢？未来大无穷这五个字不仅是用在上港身上、啊、也包括其他的中超球队，对对对，啊，包括恒大，你们看到恒大足校，对吧，这两天一直在拼命的让记者做广告、对吧，推广对吧、啊、也包括山东鲁能，也包括并不仅仅属于上海上港，我希望这四个字啊，这五个字也适用在上海绿地申花身上，让我们共同未来大无穷，这样中国足球水平才可以提高，共同提高啊！不要老是去想25周年了，啊，明年26年了，那怎么样呢？后年27年了，怎么样呢？你如此的怀旧，不是你大一岁，你没长进，你这个大就刚这个这个年龄啊，我没活了，自家身上想不活，对吧？白活了。申花球迷哪要把阿拉上港球迷比啊？不是讲啥人家口袋高头上海人多，哪应该把阿拉比的是啊？啥人家的口袋高头小人多，小朋友多。这就对了，
年轻人多。侬侬好比吧，侬比不上。不相信侬到八百人去看讲，我那虹口也有小朋友的，我承认啊，我也看到过，也不少啊。但是我那肯定比不上阿拉八百人的小朋友。那有空好到八百人来看场球啊，去看看上海八百人现在是啥样子。可能伊拉不大来，也不了解。这种一定要了解。我希望我也说了，中国足球它就是染缸，小孩子去反而不好。你看抹在抹在那抹。那阿拉平常不抹，平常。哎，我今天举个例子啊，我边上就带了个小朋友，对吧？哎，对吧？他这个小朋友大概只有我呢，我他连老妈都不在，他一个人，啊、对对，一个人，你一个人过来这么点点大，我十岁啊，自己一个人来，包括我们的这个张夏涵。啊啊！小学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对吧？这个都是未来。浦东新区金鹿小学女子足球队啊，已经上了那个地铁了。这个、包括张健都接见过的，啊、张健抱过他的，李玉毅都抱过的、啊。就那个中超颁奖典礼，那个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啊，最佳球迷，球迷，小姑娘的这个图片，对吧？他为什么是我的照片？但是得奖的不是我。在那个地铁里面，就是啊，循环放他们的。春节的时候啊，循环放地铁，循环放。这个主流媒体放的这个东西、不是上海，我告诉你，重庆啊，重庆西安也有，重庆西安各个城市的地铁都在放、啊都。张夏涵的爸爸不是上海人，不是，是安徽人，安徽的吧？博士，博士啊，博士啊，不管，董继尧不是，我先不谈他的学历 啊, 啊，可这不是根本，我认为这得赢的地方、啊。我想说的是，张夏涵的那些照片里面，最令人感动的是根宝。握着他的手，牵着他两个人的背影，这张照片很令我感动。就是牵着他走啊，因为他哭得稀里哗啦啊。照片是我颁奖没给我。不，是牵着手以后，后面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字，从小就是上港球迷。根宝牵着他的手，他们两个一老一少的这张背影，嗯，这个才是代表我们上海足球精神的东西，传承，传承，传承。而不是说什么他爸爸是安徽人怎么样怎么样，博士、啊、生怎么怎么样，我们上海的这个足球的传统要延续下去，这个足球的精神是要在这座城市里，只要在这座城市里啊，上港也好，上港队也好，申花队也好，然后传下去就可以了，对对，而不在乎要去传给这座城市里的上海人还是这座城市里的安徽人还是什么，不重要，不要太过于的去强调这个、这个概念，上海人外地人，啊、是吧？不倒无所谓，你代表了中国足球是这个。对对对，啊，你同这个事情就是申花球迷他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对吧？一直他钻在牛角尖里，拔不出来，误区啊，拔不出来，晓得吧？他的误区就是以310为荣，但是在哪里？小哥，你补充一下，我觉得、你310，你不能老是除了身份证上那几个字，310有那个以外，其他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很简单，现在那个叫什么叫买房子公积金，全国可以异地办理哦，都通了。然后社保，我们是办那个身份证，你知道我做这个系统的啊，身份证是全国可以异地补办的。啊，都通了，全国都通了。我上网嘛。还有一个东西叫七个部委叫全网通办，就跑一个窗口，全部的。今年市里面，包括我们的驾照也可以异地换人的，护照也可以。再讲一句事，讲一个事情啊。现在所有的事情有一个东西叫营商环境的改变啊。市委市政府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打破所谓310的壁垒啊，对不对？今年做的是就以后可能上海户口就不值钱了，因为都可以办了。对，以前的话可能上海不不值钱吧，可能还需要一点，还需要一点年份，但是呢，早晚会走到这一步。就享受的福利都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作为上海人，我们自豪在哪里？嗯，并不是说，是因为上海人才自豪，而是上海人的某一些做派。那比如说我一直说的，我们上海人很讲契约精神，对啊，比较诚信啊，比较讲诚信，这在全国范。当然，我们上海人也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也有的。跟啊，比如说我们跟北方人比起来，我们不是那么的豪爽，对吧？我们有很多东西呢，看得太小，对吧？这个也是，对吧？那么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去腐存精，对对吧？当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教他们的是格局要大一点，大格局啊，格局要大一点，这样才对。不要老是看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申花球迷，我是管不了他们。他们也不会听我的，嗯，对吧？但是我想把自己的这些理念啊，我想告诉我们的上港球迷啊，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对不对？我想
让你们能够听听我的这样的说法啊，尤其像木头人团子啊，啊像浩啊，啊像指尖流走啊，改变一下啊，就是说你们来听听我的这套说法，嗯，对还是不对？还是说你们要像申花球迷一样，就只要是上海人，就是一边洗老卵，对吧？嗯，打那个私人再差，贴了再丑，只要弄上海人，弄就是老卵。上海人不是靠这个的，对不对？我们的历史上，我有次有上一次在群里面，我让大家报一下，对不对吧？这个历史上出了名的上海人，对不对？我们上海人虽然我们这个城市年份不久，但是历史不久，但是我们也出过很多的啊，宋庆龄啊，又啊，宋庆龄就是嘛，对不对啊？宋氏三姐妹，你们是想到宋庆龄的？宋氏三姐妹，我想到的可能不太好啊，就是上海滩的以前那种青红帮的人，那也是豪杰啊。那个什么杜月笙、黄金荣、啊、张啸林这种 啊，杜月笙是到上海啊，杜月笙是浦东高桥人，高桥人啊，但是杜月笙在人生的阅历上绝对是一把。那不管嘛，你能够做到一方豪杰，你肯定是对吧？你不管是英雄还是枭雄，啊，总是有一些被后人称道的地方。他抗战的时候也出力的，对，抗战的时候也出力。连蒋中正先生都很不是。那我现在可以这样说吧，没有成绩，没有功劳，你是狗屌。嗯，这样的老是给上港这样打5-0了4-0还打不行吗？一次打不行无所谓，两次打不行无所谓，你还在坚持。他们现在有，他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了？啊，坚持什么东西？我因为我们在坚持，所以我们有牺牲。啊，那一次两次、啊那个、这是一个悖论，知道吧？就是说你坚持的东西跟你的成绩不好有啥关系啊？对，两码事。他们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失利是暂时一时的，嗯，五年以后、嗯、9900，只要我在这里像买股票一样，只要我在那里举杠铃举的，总有一天会解套的。他们现在选五年以后，我这么理解吧。我这么比喻，不知道三哥能够觉得是这样感觉？不是，五年以后，觉得他们现在是深度套牢中，就像我一样了，深套十年，深套十年，深套十年，但是他相信，只要我不割肉，是可以解套的。但是，21世纪啊，普及一个股票知识，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强制平仓，不能够亏空的，必须是要结算的，不能负的。10年前中国的股票可以做7+0的，可以负的。现在不行的，现在跌空掉了，要强制平仓，要买掉。要啊！现在还有15000人啊！这么晚了，大家现在今天大家都比较嗨，兴致那么高啊！而且我肯定的说，15000人里面绝对不是光上港球迷。那当然，我相信，我相信也有。我们现在这里肯定有全国各地的球迷，申花球迷，有江苏球迷。我相信刚才的我说的这段话，作为一个上海人说的这样的一段话，也应该改变全国球迷们对我们上海人的看法。我们上海人不是那么狭隘的，啊，不是那么一天到晚的很那么自高自大，认为什么好看不起外地人呢？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我很尊重每一个。在球迷文化上面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在去客场的时候，跟所有的客场球迷能够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嗯、对吧？我们跟包括跟恒大球迷也有，对吧？包括跟国安球迷也有。那其他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我们直接的竞争对手，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在看上海的时候，你们希望你们能看到。并不是这个老牌子的申花球迷啊，才能够代表我们上海啊最先进的一种文化。我相信我们上港球迷的这些观点是应该是受到全国球迷的赞赏的。嗯，先加水再加。加了，加水，加水，不用加，不用加，加了个头，加了个头。哎，其实上海，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这样的话，你这个城市才会进步，啊，这个足球才会往前进，啊，对不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这不要老是呢去找一些这个负面的东西说，像什么说哎呀，在这座城市里呀，有些外地人啊不像样啊，没有修养啊。我跟你说，现在没有。反过来了，现在没有修养的也是上海人，那个倒也不至于有交关啊。但是呢，在这个修养水平上面呢，这个其实呢，它更重要的是跟一个个人的经历和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有关，而不是说你跟就像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今天看到这个蔡宝健的这个检讨书一样的，嗯，这个短短几
一百多个字里面多少错别字？嗯，什么晓得了呀？晓得了，侬来讲两句。这个蔡宝剑这个事情，来，侬过来讲两句，我来说一句啊。来，这个蔡宝剑这个事情是被王警抓住的啊，不是他主动那个行动，不是他主动投案的。嗯，啊，来，报料。他到底是什么事？我们刘警长来报料，刘警长叫人，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这个属于在网络上，他在抖音上面发了一段。抖音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这沈宁律师说的。沈宁律师说的。啊，现在说的他们自己。这不仅不是法外之地，有一些事情呢，比如说对别人的恶意污蔑啊、攻击诽谤，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哎呦，严重的违反的，严重的违反的那个叫那个寻衅滋事的。要处5到15日拘留，就比如说引起双方球迷冲突了，并处500罚金。这个前提啊，如果打伤了，造成轻微伤以上的，对，要构成刑事拘留。你不用深讲法律，你就告诉说，蔡宝剑自己做了些什么？他就在网上抖音发了，就是类似挑衅啊，挑衅上港，挑衅上港球迷的话，哪一天的时间是？前两天吧，26号还是7号对吧？就比赛就昨天发，就昨天啊，昨天啊，就是刚他说要把我们什么交关大队什么的，要把申花球迷的交关大队。他说如果没有赢三个球以上，如果没有赢三个球以上，我要哪什么跳下来还是什么乱七八糟，对吧？啊，记不清楚了。对，那么这样一讲嘛，被王警抓住了，没想到今天真的被打了4个球。对，这个蛮凶的。他这个检讨是在某派出所写的，但具体在哪里就不能讲了。啊，不能讲，这个不能讲，这个不能讲，这个要保护隐私，这个要保护隐私的。反正他这个行为呢，现在触犯了法律。啊，我现在就是说，希望大家上港球迷呢，引以为戒，去客场也不要，对，跟不要就是跟人家那边当地的公安什么引起矛盾。我们好好看球，对，好好加油。服从当地的公安民警和当地武警部门的管理，对，就是文明观球，对吧？文明观赛，这个蔡宝剑也讲了，两个都是上海球队啊。3月1号德比要，像我也去过远征很多地方，广州、长春，对吧？客队球迷，我们就遵守好自己的，为球队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那个上海台有一个黄奕警官给大家普法，对吧？我们上港球迷客栈也有我们的刘警长。给大家普法啊，我们也要普一下法，球迷也要遵纪守法。最重要的是，对吧？蔡宝剑他是针对上港球迷的，对不对？对。那么还有球员和球迷。那么这个我们要提醒上港球迷是，平时在网络上面，对，去攻击申花俱乐部，攻击申花也要承担法律责任，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不能乱讲哦，不能乱讲啊。我们想讲事实有根据，不要造谣，不要诽谤。对，我们讲清楚客观事实，我们讲真理真实，我们不要带有什么诽谤恶意的谩骂、辱骂这种侮辱性质的，我们就是讲一些正常观点、正常事情。对，我们可以两队球迷就某一件事情进行讨论，但是争论，但是我们不要恶意去重伤攻击人家，对吧？对，我们也有一些效果，要坚守什么社会主义道德底线，24个字不要忘记。否则的话呢，你就触犯法律的话、最后要写检查，还要录视频，搞得了自己没面子。写检查录视频已经是算轻的啊，已经算轻的。如果是违反相关法律责任的，是要处那个刑事责任或者是行政责任的。哦呦，这个到时候人生就到时候球看不成了，球看不成啊，出都出不去，火车不能坐的啊，黑名单是不能坐火车坐飞机的，火车飞机都不能坐。对，有黑名单的，要去远征只能走路了。这个怎么去这个就尴尬了，好吧？这个外地肯定去不了了，这个属于叫受限，受行为受限了。就几年内里面可能你就不能出去了，对吧？你看了球，可能你比方说想去远征，比如说过两年，我港或者申花球踢得好了，进亚冠了。哦，那挂不起了。到时候国外那个签证办不出啊，黑名单。对吧？这个到时候两边的。申花信用卡办不出。信用卡倒是小事情了啊，最主要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是要看球，签证办不出，多次往返办不出，比方说球赛是提前定的，比方说是远征的，他是提前安排，突然间你有时间了，可是你去不了，对，这个时候就很尴尬，凶闷了，就蔡宝剑没有机会去北京帮人家洗车了。啊，这个洗车的事情是，我说的是日韩、东南亚这种，对吧？就是没有机会去日韩洗车了。哎，没有，就是可能只能上海洗洗车。只能上海洗洗车。哦，为什么要洗车？
啊，武林哥，因为不是因为蔡宝剑帮国安球迷车上吐了口痰、啊，被人家抓住了，这个事情啊，然后人家叫他洗车帮他照片拍下来，翔哥爆料了，之前我还不知道这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事情啊，国安球迷把他拍下来了，洗车工嘛，啊，对，是，不，我也奉劝下蔡宝剑呢，收敛一下自己的性格，对对对对对，年龄也上去了，他今天是真诚道歉啊，我知道他真诚道歉啊，就怕他有的时候呢人比较，蔡宝剑好像，蔡宝剑是哪个？蔡宝剑特别丑的那个，很矮的，就像南京以前。以前戴个帽子就对对对啊，干嘛不叫王啊？对对 对, 对，就是他，对对 对, 对，就是到南京也是他。嘛，我们也希望蔡先生这件事情呢引以为戒，以后文明观赛。对对对对对，都改牙齿还是牙齿还是爆了一个他想就是支持自己申花这个蓝色的信仰，我们这个没错，这个没错，是件好事，但是要遵纪守法。对，人要有信仰，这个是对的。对的啊，但是要遵纪守法。遵纪守法，对，做一个守法的有信仰的球迷。到南京为什么现在那个守法的这个点啊，全部抓得蛮严的是吧？诚信记录，啊，说到底就是诚信记录上不能有黑名单。以后可能他外卖也不能做了，买卖房产办理信用，他现在不是跑外卖吗？附近，以后可能外卖也不能跑。对，以后只能当保安了。他可以跑了啊！他现在外卖员也有诚信记录。好，谢谢刘警长，谢谢刘警长，今天又给我们上了一个法师课啊！三个了，三个了，三个了。他怎么又跑外卖了？他又出什么事啊？没有，他是他当外卖赚钱嘛，也不容易。他的工作就是外卖员，外卖员确实是。饿了吗？外卖，跑外卖。他妈的，老有病吧？这样的，没病。跑外卖，跑外卖没问题啊，跑外卖也是个工作，用劳动赚赚取，这个没问题。人家不偷不抢，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我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对对对，蛮好的，我觉得。所以这个事情呢，包括呢，啊，包括呢，我们之前上港球迷里面也有发生过啊，就黄泽徐的事情，对不对？嗯，黄旭泽啊，黄泽看了，黄泽徐，就是写了一些，包括这次上蔡宝剑的事情，我还是想说的话呢，引以为戒啊，你作为一个球迷来说的话呢，你要把这精力啊，要多放在球场里面。对对对，这个不要老是去盯着人家球迷，这个没意思。你老是在网络上去诋毁的人家，这个也没有用，对不对？对球队也没有什么帮助啊，没有什么帮助。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再说人家现在也说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沈凌这句话说的是没有错的，确实确实不是法外，不是。但至于这个谁犯法谁不犯法，这个就不好说，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那个文明观赛，文明观赛啊。好了，我们谈谈亚冠。哦，下一期谈谈亚冠嘛。哦，对，这个倒蛮关键的。亚冠，因为马上3月6号，下周三是吧？下周三，卡瓦萨基川崎啊，哦，又来了，这个老对手又来了。去年主场啊，对，先回一下去年，主场是1-1，客场是1-0，1-0啊，对，主场是先踢客场，先客后主，对吧？请三哥点评一下。我觉得这场亚冠，就是说这个不是点评了，这个应该是预测了，预测预测啊，预测一下，预测呢，我那不看好啊，不看好。蛮难听，不看好传奇是吧？不看好上港哦，继续不看好啊，继续不看好。你就从第一场那个对申花也不看好，不，他从第一场超级杯开始就不看好上港，继续打脸啊。第二场你敢说北京国安我也不看好啊？不，我其实对的。然后今天这场三哥也不看好，这一场应该能拿得下。这场高这个属于低调，然后下一场卡瓦萨基又不看好。哎呀，这个呢，我呢，来讲讲理由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对不对？你要从实力上说呢，你们也不会服啊。我客场应该有了啊，我服，主场肯定是必须拿下。我还是呢，从玄学上面来说。等一下，在你预测之前，先回答一个问题。嗯。有人问你了，三哥，你认为是亚冠重要还是中超重要？中超重要。好，很明确了啊。永远是中超重要。小沈啊，沈，三哥说了，中超重要啊。好，在这个基础上来请你预测一下。先回答小沈，是沈亮说的。对啊，就是说任何的联赛任何的球队都是以联赛为本啊，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的。就是说没有一支世界上包括五大联赛没有一支球队啊，他在赛季初他说我今年不要联赛了，我去搏个欧冠，哦，啊，没有这样的球队的。哦，只是到后面联赛打的啊，觉得不行了，不行了，然后呢把重点他可会呢把主力呢开始呢这个转到这个欧冠上面，像皇马一样啊，这个有联赛搞不过，这个有可能的，罢了，啊，怎么去打欧冠了啊，哦，这样皇马，但他欧冠也拿的蛮多的，那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上港成为第二个利物浦吧，对不对？嗯、联赛冠军一个都没拿到，对不对？啊、你要操操你看心情了，你今年还是有机会的吧？今年我又悬了，又悬了。啊，领先一块，那曼城要追上来了。啊，那不管我别家的事情我不管啊，就是说，我觉得呢，先回答沈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肯定是联赛重要。你应该把精力多放在联赛上面啊，联赛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冠军，对啊，也是因为杯赛的偶然性比较大，联赛呢，你基本上就是真正体现一个队的实力，综合实力，包括一个球队俱乐部的管理啊，教练团队的水平，都可以在联赛里面充分体现出来，因为它不是一场啊，而且是主客场满制的，比较均衡的，对，那么对于六号的这场亚冠呢，我觉得呢。我呢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说呢，我呢还是认为呢不看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六号呢我们第一个主场，但是很可惜呢，我呢因为出差在外啊、我回不来，我看不了，就是我们不能直播了。对，三哥，啊，三哥，我们没法直播，不直播的话有风险的，啊。对啊，还是这句话啊，就是我们一起直播好像还没输过、啊、上港球迷客栈我跟翔哥一起直播到现在我们没有输过，维也纳0-0啊，维也纳0-0就没输过，那就没有输过，输过没有输过啊，平局有的没有输过啊，就南京，但我们没有直播的对天津权健的输了，客场输掉了，权健那个偶然性啊，偶然，不管你不管原因嘛，对不对？我们就不要玄学、啊、三个说的是玄学 啊我们有、哎、啊，不说不在上海啊，啊，我不在六号，我敢。那完了，那完了。我个人预测一下，我觉得可能是1-0，但是可能蛮晚的，在80几分钟或者90几分钟。但是我跟你说，日本这个队伍啊，从技术角度来讲，他是说玄学、嗯，从技战术角度来讲，确实不好打。只有千里干水了。他是打传控的，这种队伍上港要跟他磨死。哎，耐心不够，危险。这个是。打 日本球队呢是凭硬实力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年上港的实力呢比不上去年，不争反降、啊、对，不管你战术在什么战怎么样在调节，你实力硬实力你是差一点的，对、而川崎呢比去年呢实力还更 强啊、所以说呢去年家里面再下雨吧，看看啊，下雨吧，我们上一礼拜三下不下雨是吧，啊，下雨还有机会，我跟你讲、下雨下不大的，像今天这种雨下不大的、啊、下不大的，所以啊相信玄学的，相信三哥这个上港球迷客栈开播就不输球的这个的打个一好不好？不相信的打个二。就是今年抽到那个，对这个之前我就是翔哥不是转播了抽签嘛？嗯。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做过一个小盘算，就是按照今年这个样子，我们要拿到9分到10分，才能进小组第二。我还有，不是这样危言耸听，因为去年都是打一的，都是打一的。都蛮相信我们啊，都是。那三哥，我跟你说，你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啊、虽然我赛前我也比较悲观，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晚上要做直播，我们早就预告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不管输赢啊，不管输赢，上次我们就说要直播，所以很多、啊、很多球迷啊，都在就在我一边说悲观的论调的，他说没事，他说我放心好了，你要直播的、啊、输不了，没事啊，现在都这样预测了、啊，看我们直不直播来预测了、啊，对对对对，那但是、啊、真的也实在没办法，六号我是赶不回来，哎，我也没办法这个。礼拜三，礼拜三上班、啊，对对对。我这场球蛮晚的，是8点钟好像。8点钟对吧？8点钟，三哥能不能尽量来在外？哎呀，我们这样吧，只能曲线救国，实在不行只能连个线，弥补一下。连个线没用，这个没用，啊、这个玄学啊，这个没用，这个没用。我倒说个玄学，去年我们8点钟的比赛好像都没输过，哎。那去年啊，那我们去年、啊、吴磊在，去年我们主场在啊，今年吴磊不在的话，去年第一场亚冠好像是3-1吧，是吧？第一场亚冠是打那个泰国1-0清迈联，讨厌了啊！这个东西直播做不成的话，这个讨厌了，三哥，哎呀，那你说这个从技术层面讲呢，我就刚才的那个论点，对吧？我们实力有降，川崎有升，你们一直是觉得3月6号这场最重要，其实我跟你说。我反而觉得3月13号客场踢蔚山这场倒很重要。亚冠没小组赛也没有什么哪场重要哪场都重要的，都重要。六场比赛都要踢到。如果而且特别是主场拿到3分，我们晋级希望就很大。没有，我跟你说，亚冠主要是靠主场三场一定要拿下。今年这个分一定要拿下。说句老实话，今年最重要的两场比赛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这个观点。一个超级杯，一个超级杯，一个客场红红啊，最难打，然后最多最难打的，最后最多还有一场八万人对申花，对吧？这场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对吧？我们在八万人基本上不会犯错。申花，你把申花看得这么重啊？不是这个比赛的难打吗？我就觉得这个比赛的结果比较对我们来说，对对对啊，其他的都随遇而安。哇，我就觉得这个拿下他，拿下申花是当然了。我赛前比较悲观，对不对？然后我再跟春雨在路上，结果我老妈结果跑出来跟我说一句话，今天下午啊跑出来，我后来也跟他们说了，我老妈，我母亲80岁了啊，她80岁啊，她说什么？我妈是她资深的球迷，她是老球迷啊，你这基本上上海的老球迷啊，她是申花啊，她是她会她都看不她。他上海的老球迷啊，他说我什么时候看球的，我那么想当年是吧，刘文斌对吧，郑燕这个时代，我就还不是说什么犯之意了对吧，申花球迷知道说我犯之意时候就开始看球，他那个老了、我妈是什么，他说我妈看球是这个张振友啊，赵光华那个时代开始看球，这个名字说出来，真的球迷都听都没听说过，还不是刘海光了，啊、还不是刘海光。我能听到的就是李中华、刘海光的。啊，李中华、刘海光，对啊，李中华、刘海光是很牛啊，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也没拿过冠那个这个联赛冠军啊。我妈看球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知名度吧？是上海最强的时候，四个队。四个队，以前就是四个，什么工人，上海工人队啊，顶级联赛12支队里面四个上海队，以前是甲级联赛啊，上海有四个甲级，就是顶级联赛的时候有四个甲级队，上海有四个甲级队啊，然后62年拿了个冠军，这也是上海第一次拿那个顶级联赛的冠军啊。我妈是从这个，然后我妈今天是跑出来跟我说了一下啊，哎，我那个搞啥了？一个哪里生活也踢不过，哪一场刚还做啥冠军了？哦，一80岁的老人家看我，就是老球迷。我妈懂球。哦啊，那么说明被你逆增了呀！啊，我妈懂球，她知道的。她冠军还踢不过，生活还搞第三。我妈她是中超联赛什么的，她在尝试看的。哦，她心里有谱，她说申花不行。哦，老球迷都这样看啊？对，她不是的确是，她都不等于她说不申花不好，而是说她认为申花现在的水平。不行，申花就是一支烂队啊！不是，季宇阳说的。其实我在讲啊，就是按照足球的理义上讲，上港人讲起到足球场说肯定能踢过他，心里都打个问号放着你。对，我可以这么讲吗？如果我们有敌人，如果我们像恒大一样的，不要说肯定多多定定的能踢吧，对不对？恒大来搞怪，就连最后哪怕10分钟、20分钟那种狂攻的进，你都能看得出来，那就是有敌人的队。上港。也不敢说100%，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吧？主要是2017年造成的心理阴影。刚刚你这话有道理。你不要说2017年之前，包括就是那个足协杯啊，2017年足协杯之前，我们球迷是信心满满的，对，从来没有低调过，没有低调过。现在知道了，足球是圆的，圆的圆的，这个不一定的，就是足球外还有很多，我就是场外因素，场外因素啊，大家懂的。一定是给你们上了一个。我就是2017年看到翔哥超了波，在那个。8万人的时候，我决定加入天狼星的。就一个杀一个战，就你突破以后，我觉得真的，这个里面我火很大。明明是人家我港一路领先的优势。不，我不跟他明阿里提明明是个插播，我也加入天狼星。啊，没，你这个又过分了。啊，你这不是看球了？你这也是看球。我是看球，我真的。他也是看球。你是看这个球，他看那个球。我原来跟你一样，我是从楼上跑下来。你们讲的我就因为看到翔哥，他看一个球，他看两个球，就因为看到翔哥，这里面没有，他没有，不讲在吗？不说细话了，不说细话。三哥，我给你先分析一下对手，好吧？川崎前锋，去年拿了个冠军，今年又拿了个超级杯的冠军，是战胜了浦和红钻，然后呢，他的联赛前两场。都打平了，第一场是主场和东京 FC 打平，哎呦，第二场是主场和鹿岛鹿角打平，也就是说他的开场是2连平，主场2连平，是啊，就也是今天要比啊，这个状态好像有点问题，对，他也是今天3月1号，因为他是比我们早2个小时，因为东京 FC 现在水平是非常差的已经。然后鹿岛鹿角呢又是出了名的客场虫，然后他主场居然没有拿下2连平，鹿岛鹿角，但日本队啊，他有这个习惯，就是、差不多是当他联赛啊，对对对，不行的时候啊，他往往亚冠他就亚冠，他就放联赛啊，就像我们一样的轮换，
他因为他联赛他不会这么早就开始放，这还是应该可能是还是一个实力上啊，春天还没来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但是他上次打那个浦和，我觉得打得非常好，嗯，就是超级杯打浦和，啊、对对对对，那个球打的我是看了的，啊、确实打得非常好，就以他攻击啊。就以他打浦和的这个水平啊，上港顶住，这个倒我倒是是，我那场球我也看的啊，嗯，但怎么会他联赛上面两连平啊，主场两连平，嗯，会不会是轮换阵容，那么准备对话了呢？也不会，他小组赛不会的，不会这么，又不是淘汰赛，他不会，对对对，啊、不会在这个时候说，没必要，他后手还很多了。不，我觉得日本这个联赛很奇怪。每年他那个前四名、嗯、会变的，变得很厉很哑哗哗的、哎、不像我们这边基本上他说明他的水平平均的、啊、水平差不多，不像我们，我们 Big Four 然后下面一堆的嘛磊呗，韩国是磊呗，申花肯定磊呗了，韩国的 K 联赛也是变动不申花，申花我们今天要说、哎、这句话我刚才一直很理性的申花，我再说一句理性的话，以后大家就不要说什么上海滩双雄争霸这种话了，那个熊啊配不上啊，就是一高低了啊，有点就高脚底。上海滩德比已经不是双雄争霸了，这就是我们、将来还会有双雄争霸。我们老领导不是有句话吗？将来会有双雄争霸，啊、但是要等申花起来。申花现在990，申花这个真配不上双雄，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今天还有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老是说9900？我都感觉这句话不，申花球迷是把希望不是？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啊，他是要有寄托的。你如果不给他一点希望寄托的话，他是生活不下去了，沙漠里的人看不到希望了，都知道吧，好几年。我的话说回来啊、嗯、东亚可以把这些球员买给他，上港为什么不能在别的青训买那个优秀的人才呢？根宝传承买不到，买不到啊，所以我就说啊，我听根宝两个字你闭嘴吧、啊、我们曾经在买990的时候、嗯、我们的老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嗯、他说两个德比是什么？就是双方实力要接近，如果这个差距太大，嗯、这个就不叫德比。对，他这个话没错的。对，其实讲的对。对对对，没错。现在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嗯、申花和上港就是一个就四个球的差距啊，就差三档啊，就上港是三档，一是一档，不懂哪能开发呢？搿出三出，没办法，一个是 F 一，一个是卡丁车，侬哪能开？三档是六十亩区，一档只有五亩。这也算德比，他打什么德比嘞？算上海人情世故德比，只能说这些德比，球场氛围德比，有点像国安和申花。如果持续这样子的话，德比的氛围也会越来越差，嗯、现在都不太起劲、哎。今天那个票子啊，很明显的，200块的票子，我就是买200块，200块买到250块。就最多以前都是500块，至少500，德比都是500起的。嗯，这个球是明显就是申花不给力，这不怪，这不赖上港，这个的确是。我再讲个例子啊，今天我是4点多就到球场，门口的黄牛都没有，稀稀拉拉。黄牛嘛，很少。生意做不成。以前生意做不成吧，关键标准。以前那个都是黄牛。要是德比的话，门口都是黄牛。要是足协杯那种决赛的黄牛啊，门口啊，从站满的。8号线地铁站出来就会问，而且我今天票子要了，票子要了。我今天是穿着上港客队的球迷的衣服来了，以前肯定是黄牛轰上来围着我，几个围着你，票子要了。没有黄牛，很奇怪的一点。等等，要挂大浪裤。好，经济不是老好。美国嘛，对阿拉个就是搿能介，制裁，哎，哦，我们都对了，搿嘛阿拉搿只理由了，我们哪能办呢？洗到特朗普头上去，侬起来了，搿天特朗普背锅啊，是的，特朗普明早要新闻发言，搿么哪能办？哪能讲法呢？哪能要生活贴勿好挂我啊，特朗普啊，侬妈勿挂金正恩了，真的，你妈是美国人吗？生花地他都不知道，你他妈不怪金三，不怪我，特朗普，就是我今天觉得比较奇怪的，而且今天我跟翔哥说了，我觉得今天整个比赛就是和以前比有一个字叫怪，什么怪？什么怪？那个热身也比平时晚10分钟，嗯、就是照正出来晚了，出来晚、嗯，名单也出来晚。今天整个德比的氛围就感觉德比呢，德比的降温呢也是个大趋势、嗯。我们刚才都说到了，对吧？包括一些遵纪守法啊，舆论文明观赛啊。嗯，对，包括我们陈董也一直在带节奏，嗯、啊，对，希望不要搞得那么紧张。程序员在德比之前、啊、很多的话在不停的向对方灌输啊，示好，就是说啊，没必要搞成这样，啊、对对对，大家都是为了上海，嗯，所以说呢，我那是肯定是
紧跟陈董的。但是这个球扔过去呢，人家好像对方还没接。嗯，没接。今天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的改变的。什么改变？就是、相对的慢嘛，比以前要少一点。就是磨不动了，不是骂不动。觉得吧，其实今天蓝魔球迷是李建东捞清仓啊，对吧？嗯，申花球迷是不可能骂李文君的。嗯，不会吗？不会啊，没有这个习惯。只会骂吴磊，因为李文君上海人，上海人啊，不，也不是李文君，他也不会骂于海。你听说、哦、听到过申花球迷？于海不是上海人，他你听说过申花球迷？他就喜欢骂苏北人。也不是，就是说，因为呢，吴磊说过上海太老大这句话、哦，这个比较伤他们啊，因为他们就是要当上海太老大啊。结果吴磊说，我现在一说我们上海太老大、啊，把这个真相揭露出来了啊，你心里总会不适应。其实我觉得吴磊也是不明智，这种话按照你太负面的，以后有负面影响。没有啥负面影响，这个是记者给他挖坑。你认为现在上海能不能称之为上海太老大？嗯，那么人踢好球嘛，很亢奋。有了，你踢好球你也亢奋了，这么就随口而出。那个时候还少，还小，还小。现在肯定不会这样讲。22、23岁的时候啊，你现在今天你看吴磊的那段话，都做到、嗯、说的很官方的。整个的氛围在朝在跟着程序员的这个话啊，在朝包括程序员，包括吴磊的话，对吧？包括这个五星电体育的话，也包括我们上港球迷三哥和翔哥的话，我们都紧跟陈董啊，我们也向申花球迷示好。啊！现在吴磊讲，帮他们找原因。侬讲我要少申花球迷，对吧？我老早少了多，对吧？我好少他妈一天，对吧？那听我少吧，但是我不吵。对啊，我不吵。我们也是要帮申花呢，总结一些问题，帮他们找这个差距，差距在哪里，对吧？帮助他们。我今天说申花不好的，都是从技战术层面的，都是客观事实。对对对。我们说找差距呢，我觉得找差距，找差距。啊，我们应该换三个字啊，补短板。生花补短板不是找差距，生花呢啊，补短板不是很大，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短板补上啊。现在比较生花呢，其实呢，他在整个东区的这个引援上面啊，他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嗯，他引前场不引后场，然后把后场的几个真正有水平的卖掉，给放全放走了。李建斌还是可以的，有还是有水平的，对不对？对对，秦升也放掉了，对不对？然后你陶晶啊，陶晶是不行啊，那年纪大了。那个还有李小明啊，李小明，李小明真的这个球员，我搞不懂为什么申花一直要把他租出去，要么就卖掉。这么好的李小明是完全可以培养一下。对呀，你完全可以。为什么李小明这么好的球员，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为什么我们香港在培养年轻球员，给他们机会，你为什么要把李小明卖掉？要用从政啊，对啊，我这也搞不懂 啊。你这个思路，从政也过了 U 二三了。对啊，你这个什么思路？你看人家李小明好歹也拿过中超最佳新人。对啊，我只想问一句话啊，这个吴妈到底懂不懂球？不懂，懂不懂？啊，他这个肯定不懂的。吴妈肯定不懂球，啊、这个我们不要诋毁 啊。这实球申花球迷也说的，说吴小辉啊，我觉得吧，周军是懂的。亚瑟呢，有人逛呢。其实我作为一个隔壁球迷，我看他，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于心不忍。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啊，也很两难，就是吴大妈是吧？他两难个屁！哦，三哥不同意我的。怎么？哎，你说看怎么说呢？为什么是吴大妈两难？你分析一下啊。他这个位置上，他想对球队成绩，想对申花球迷有所交代，有所交代。啊、但是啊，苦于可能手里的资金啊，或者是某张玉良不给他拨钱，不光是可能是他引援或者乱七八糟东西买不到好的球员，买不到，买不到，有可能他有钱。有钱不知道怎么用啊！前两年买过特维斯，结果股权是买了上当啊！他现在呢，造成他买的现在是谨小慎微了，谨小慎微，他不敢投资大手笔，嗯，只能买怎么就是中超认证过的，比如说伊哈洛啊，对吧？比如说吴亦正啊，这中铁棍啊，他现在买的球员都是看得到摸得到的，过就是大姑马了啊，大姑马已经有一定的表现了，他就是可能高人气的，来自济南的，不要有那种。听经纪人什么呼号导号吹牛逼，这种都不行捧出来的，他现在不敢买，嗯，对吧？不过中超买外援呢，某种程度上呢，也一直是存在，因为阿拉讲，不彩票，对吧？不买资，不买资啊，但这个是有的。你名气再大，你或许跑来水土不服，这也是有很多。所以，扎哈维吃香呀！啊，对对。为什么？他认证过了，金靴拿过了，伊哈洛吃香呀，对吧？李哈洛呢也，我估计最吃香的现在就扎哈洛，谁啊？扎哈洛，最吃香，
他说你来，你一个赛季就开始进那么多球啊，两个赛连续两个几个赛季都。而且他还是在没有啊，在中超打出一片天地的，轮不到扎哈维。不知道啊，保利尼奥啊，保利尼奥。保利鸟，他是一个恒大不会放，是他是一个中场。塔利斯卡也蛮好的，塔利斯卡，塔利斯卡是在外面成名嘛？保利尼奥是在中超踢了以后被买到被买到巴萨去了，从中超晋升五大联赛的，这个很少，我个人很少，很少很少。我而且直接一脚跳到巴萨。高拉特比那个塔利斯卡对恒大的帮助更大，那肯定的。高拉特他只是不想跟你玩了，他要走了，他不想。那你要讲什么呢？最有功勋的，我觉得还是穆奇。你还没有恒大的王朝不就是？还有那个北京国安的奥古斯托，对吧？这么多年了，在中超表现一直很稳定啊，表现一直很稳定。不，我对北京国安另外一个还有谁塔啊？塔利斯卡啊，塔尔德利，塔尔德利啊，塔尔德利，塔尔德利好啊，佩莱也不错。不是当啊，佩莱开始谈是话要买他的嘛？三年什么？就我们上港的奥斯卡。哦、对吧？啊，对对对，你在奥斯卡可能在他在英超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了，啊、然后人挪人挪活，他跑到上中超来，他真的是他的妥妥的头牌，对吧？不只是上港头牌，在中超头牌，你说他中超头牌，数据证明、啊、没有话亚冠也是头牌。哎，再报个小料，啊嗯、不知道你们两个知道亚洲范围前上港球员和恒大方料球员，某阿根廷人又要回恒大开始搞青训了。啊，你再说一遍什么？等一下，什么什么前上港球员和恒大球员双料球员啊，十号要回婆罗米嫩赛队出队的那个又要回恒大搞青训了。青训不会吧？哎，他不是去陕西队吗？没有，西北狼吗？没有，他们不是叫他前卡吗？啊，前卡，要么就前卡，前卡要搞恒大青训。为什么叫前卡？恒大球迷叫的，说他只能前吧，前就是为了前的那个卡。哦，恒大球迷说叫空卡叫前卡啊，老熟人又要回来了。我们是不会这么。他们哪个恒大球员不是看钱去恒大的？我好像都是钱。钱里尼奥，他是去助教，钱拉特助教是助教，他不是去搞青训。这边搞青训，人家恒大有一个体系的，你为什么要一个空卡呢？对不对？啊，他是去助帮忙助教，嗯。但是不是说他要回那个陕西？没有，去陕西队了。这我就打个问号了。这个年纪了，他本来这体能也不好，对不对？你说再去回陕西踢，能踢个什么名堂了？当然，他能力是很强，能力是强，很适合中超。你们说陕西啊？啊，中国，我倒是很希望陕西明年能够冲超。哦，这个球是好，50,000多人啊，圣都雀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现在的新的体育场。当年国际援走陕西的时候，我是坐了绿皮火车。你还去过陕西的？嗯，西安。我因为是海哥的球迷，当时我是上大学啊，嗯、花了大概300-400块钱，就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西安。那个时候，那边应该你这个精神可嘉。不，我球队都搬走了，你还跟过去？那个时候叫惨霸。啊，农哥母子，然后预改到上海，要不到上海他妈，他在贵州天天去飞吧，我操！那我跟你讲个事情啊，我后来快上岗，2015年。他买来的时候笑死了，哎，我看我后来回来看上港比赛，我可能比翔哥要晚。我看上港其实还是有那个时候有一点于海的情景啊，肯定有，肯定有。人家一讲了，很多国际球迷就是看于海来了，来了又回80,000人了啊啊。老国际球迷就会，老国际球迷，因为以前是德比啊，嗯，是国际，也这也有讲到德比历史了、啊嗯，是国际和申花斗，嗯，最后斗争失败，徐泽宪。王国林远走他乡，只能被逼的去陕西。对，他做你了，就是因为搿只零三年假球，冠军没拿到。啊，搿是对吧？上海德比第一次，啊、就是假球嘛。之前后来的什么中邦啦、三哥不是说过什么六哥什么乱七八糟事情吗？啊，这也是个上海足球历史上一段黑暗的历史。为平那个中邦球队。黑暗的，当年也支持过。黑暗的，不好说。就是说，这个国际的，国际队的这个遭遇啊，其实说白了，是跟陈良宇有关啊。那么呢，作为一个上海的老百姓呢，你要说陈良宇呢，怎么样啊？他啊，这个我们节目里不谈，节目里不谈，不讨论，不讨论，不讨论。我就说足球。我就说一件事情啊，上哥啊，就是我其实啊，上港没拿冠军之前，我一直有一点担忧。哟，什么担忧？担忧什么啊？会不会？像之前有我们的群里面球迷也说，嗯，可能一直拿不到冠军，上港集团有可能不玩了，
啊，撤资了，有这申花球迷说的，申花球迷说的，啊、不管是申花还是、有这方面传言，其实我心里很担忧的。为什么呢？我就怕当年国际和这个世界重演，你知道吗？哦，他不搞，但是他不会像国际那么远走，他可能会卖给一个比方私人公司。那个，那我们这些球员可能就会像当年的这个利兹联，就分给各个球队给包圆掉了，对吧？其实没拿到冠军之前，2017年、2018年，强哥，我去年其实有小小的担忧的。为什么我去了这个世纪公园那么多次，找海哥签名，我其实多少有点担心的，就是没因为之前我们没拿冠军之前，包括媒体的风向，包括记者，包括那个。这个 SMG 对吧？包括这种文化宣传，这全是因为我们上海其实原来的主力的这种舆论导向啊，全部是偏向申花的。这个对，这个是但是去年11月7号我们拿了冠军以后，这个小哥有看到吧？包括央视，这个进博会的直播室转播，也是把上港作为全国的这种典范，放在。之前变成一带一路，那我们又要说代表上海对吧，一带一路这个进博会，这个就是代表国家，为什么国家把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我是光荣的，我代表国家能够在这里举办进博会，你们不要申花球迷说我什么政治高度，这个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光荣，我在国家的大的体系下有我这个发展对吧，进博会首届在上海办，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很光荣自豪、哎、我们习主席要来讲话，习主席包括一带一路开放、包括长三角，刚刚你们又说了那个不要去那个什么地域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们这个都是跟政策都衔接上，政策衔接对吧，我们为什么长三角一体化，一体化营商环境、对，为什么要把超级杯放在苏州，也是因为长三角的关系、为什么不放在上海，为什么苏州是拉动，不有一个地方，苏州无锡常熟，叫苏锡常啊，这个是苏南经济的经济带，它紧贴着上海，啊，依托上海，要为向外辐射，哦、上海这个聚集区已经国际大都市的人流都很多了，哦，为了国家的一体化，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所以足协才会把这个放在苏州，为什么不放山东，为什么不放济南，包括南通好像要造上海第三机场，第三机场。这都是为什么国家统一战略考虑，足协要把这个放在苏州，不是因为苏州这个园区好，而是苏锡常这个地方辐射带动的地方大、哦、足协也要领会上面领导的意思，就是拉动这个发展，对超级杯这样的比赛、哦、对放在苏锡常地区确实拉动影响力更大，对吧你看我们这次上港球迷去了3000个人，对苏锡常周边的球迷全部过来，对，整个球场是将近坐了24000多个人，哦，那么多人啊，不止啊，25000好像，对，它的容量是32000，还有7000多的余量，嗯，今年这个做的比较好、哦。三哥，这个小刘有高度了，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吗？不是胡说八道，这小刘有高度了。那我听三哥分析为什么放在苏州，我这个不用分析，苏锡常还需要上海带动吗？你不知道苏锡常的 GDP 在全国的排名吗？我不说 GDP，、我是说足球氛围。足球氛围哪？哎呦，苏锡常的人家没有中超的球队，只有中甲的球队。不过现在是有苏宁嘛，昆山 FC 也拉过来了啊，把那个原来镇江的华厦弄过来了。那个南京，它是江苏宁，它是靠苏北。难道江苏一个省里面你放5个中超球队在、啊？不是，不允足协也不会允许的呀。那个有关联，中国要带动足球氛围的是。中西部地区啊，这个才是重点。重庆、陕西、成都、四川、哎，我告诉你，亚足联 U23 联赛都放在常州办了，他要带动的。哦，还带动个懂了，懂了。为什么放在苏州办？因为他有这个经济实力，有这个条件，能承办啊，能承办。说白了就承办费付得起，对不对？啊，就花钱了啊。因为你要记住。所有什么承办中国杯啦、什么这你看好了，都是要交承办费的，很简单，要交给那个奥运会轮一圈，对不对？轮到亚洲还是什么？中国、韩国、日本，你有看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去承办奥运会吗？没有，慢不了有经济实力，他们没这个，这个倒也是啊，没这个，因为没这个硬件，三个就包括这种超级杯啊，胡说八道啊，包括这种就是中国杯啊。这种赛事，你要知道，包括中国队的世界杯外围赛，
为什么这是不放在上海？为什么要放在这种什么长沙呀、啊？这种什么西安、啊？就你是要交几千万的承办费的啊？对，是你要给足协交钱的。你明白吧？承办下至少两千万。这次我们去苏州奥体，对不对？你们也看到金鸡湖地区的这个经济到了什么水平了？嗯，其实跟上海差不多，跟上海没差多少了，没差多少了。包括硬件了的商业环境啊，我们不是搞直播的地方，旁边就是酒馆货，跟上海差不多。那你有什么区别了？就上海有酒馆嘛、啊？这个地区域已经不需要。就它的消费水平跟上海已经很接近了。啊啊、我不说的消费，我一直说，我刚说了还是足球，足球一样的。经济水平跟足球成正比的。小刘，你看为什么中国队热身赛要放在苏州？嗯，它有承办费的。为什么要放在南京？也要交承办费的。为什么要放在海口？它每个地方足协都要交承办费的。长江三角洲随便拉个地方，随便搞搞的，你要办什么嘛？你说嘛？要办什么？啊、办什么嘛？奥运会、亚运会随便办，马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他都能办啊！我跟你说，2020年的亚运会，刚刚 你知道吧？上海不想办。哎，也不是、啊，你本身是要在第三地 第三地、啊，对不对了？哎，他们那前年的超级杯那是让了，那是恒大让了啊，恒大让，恒大就是这么大气，对不对？我让你挤主场，你也赢不过我。如果恒大一看对手是上港的话，恒大就不让了，不让了啊！肯定不是港独啊，一落拎得清啊，一个深厚嘛。那么他可以放在深圳嘛？什么？广州不能放，他要跨省吧？还是放？没有啊，他这个出了广州，他无所谓的啊，他不会去放到深圳，是为什么呢？深圳人并不待见恒大，跟他死敌 啊。那今年中超有意思了啊，是有意思啊。下周也踢恒大，哎，这个比赛我就是要叫圣三哥分享你讲的这话题了。今年的这个两个中升班马，你来分析一下这个两个升班马，一个武汉朱尔啊，一个深圳佳兆业，这两个你来点评一下。这两个升班马都不能小觑。武汉卓尔其实武汉足队是底蕴队，哦，啊，我们湖北队建国以来就不是很差的，而且湖北青训很好啊，对，湖北青训很好，一路上也出过很多人才，对对对，啊，对吧？就是黄博文嘛，没有，黄博文是湖南的，黄博文是长沙，长沙，长沙不是那个守门员曾诚是湖北的，掐脖子的那位。这个，郝俊明啊，郝俊明啊，那有三个人比较著名的，张琳鹏是吧？张稀哲，山东，张稀哲，张稀哲啊，早些年的郝俊明，蔡胜，哦，对，张军，高中锋，听说过吧？对，蔡胜、张军是那个叫武汉红桃 K 的那个，啊、对吧？都经过国家队的、啊，都经过国家队。张军后来到我们上海大顺队，对吧？嗯，就是不，上海豫园队、浦东队的前身、啊。还有，这话题说过了，我再说一下。帮忙，皖南安徽为什么没有球队？没能破？因为安徽已经成为我们上港的大本营了，青训都被我们收编。对，这话是说。啊、我之前一直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安徽没有球队？但是现在的球员也涌现出来不少。安徽好几个嘛，就是上好几个，主要是上港嘛，主要是上港，魏征未来，哎，魏征未来，那加上他还有嘞，韦世豪啊，孙庆涵呢，也是啊，对呀、啊，啊，孙庆涵也是，他现在周边，我们皖南周边到哪一个培训机构去看，一看就是上港青训，一看就是上港、啊。那申花全面要说了，你看你们的球员都是安徽的，啊、他们又来，孙庆涵也是，孙庆涵。对，话是这样说，但是我不觉得这个话说的是意义在。我们讲回来啊，就说这个，我们还是讲这两个队。一个是，武汉朱尔，一个是这个深圳佳兆业，啊，就是武汉朱尔，你说是有很多底蕴队，底蕴，武汉是他的，而且呢，他的球迷氛围很好，嗯，哦，对，不乏球迷支持，对他们球迷是很厉害的啊，武汉只要其实一点都不比西安球迷差，两千，然后的话呢，但是我呢还是喜欢看未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的话，啊，我觉得呢，深圳佳兆业啊，将是有可能会是第二个恒大。哎呦，你对深圳佳兆业评价那么高？我对深圳佳兆业的评价非常高、啊。深圳佳兆业是第二个恒大，对，你就是说要挑战上港这个王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者，或者竞争者，不是一个级别吧？我还是这句话，我没想过上港要开创什么王朝啊。上港有王就是在上港的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有力的挑战者啊！我今年的上港都没有作为，都没有青训，什么东西都没有，还有王朝。我希望上港能够成为一家百年俱乐部，哪怕像西班牙的那样，啊、这个可以永远泡在中游、哎、啊！但是呢，就没事，真正从1900年一直到
啊，我们是说2005年到2105年，我没有想过要开创什么什么王朝。我能到2105年吗？你差不多，你给你，我在不在？我们都2105年，我几岁了？2105年，要一百年历史的吗？要126岁。你肯定不在。126岁，我还在吗？对。那科技发达了，万一我能活到126岁呢？我现在只希望啊，新球场造好以后，能像西班牙人一样的，把我的骨灰放在那。哎呦。感觉我讲了什么、啊、这就是我的过的。这个呢，我觉得呢，把骨灰埋在星球上。我觉得西班牙，那你是始终了。我觉得西班牙人这个之前看了这么多资料片，我为什么喜欢西班牙人调？啊、人家肯定说，我觉得西班牙人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有很多个性化的东西，能够吸引他们。吸引他们，就是那么一支小球队，可能我比不过巴萨，我比不过皇马，但是我这边你好啊，我生存于我的特色。球迷文化，骨灰呢？还是我只是举个例子，我觉得啊，就是说还是明明放在一起，又干嘛啊？就是说这个啊，明明也是上场球迷、啊、也始终啊。啊，对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是在八万。你这个搞的是我生前不能跟他在一起，我死后也要跟他在一起。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啊、这个话，这个不，阿拉王朝明明有希望，阿拉王朝明明美，对吧？有希望。呸！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啊，有限的，对不对？对，我们呢，这个珍惜当下，肉眼凡胎，对啊，总有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对对对，啊，你不管从任何层面讲，对不对？嗯。那么什么东西是无限的呢？什么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是精神。哦。精神是无限的，思想性的东西啊，可以传承下去，不会随着你的人。啊，人啊，这个肉身的消亡而消亡的，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一些思想，比如说马列主义啊，比如说佛教啊，啊，基督教啊，嗯、啊，包括马列主义也算，对不对？它是啊，这个是还说的大的思想，嗯、啊，还有一些很细微的、很微观的思想，比如说，嗯，明啊、那个小刘看到明明的第一眼，他脑海里闪过了一刹那的一个想法，我想跟你睡觉，那这你这个阿 Q 了，对妈，我要跟你睡觉，这也是一件事情。不是我想跟你睡觉，嗯，是我想跟你手牵手。那可以，你要说睡觉，你这个档次就低了。你是有格局的人，今天直播说过有格局的。我牵手，我当然有格局。我操，睡觉的事情放在后面说。不是，你不要讲出来。还是想睡觉，显得我很卑微好吗？不卑微什么？显得我很龌龊好吗？你放在后面说，还是想睡觉？我们在谈思想，对不对？啊、你要灵魂，所有的啊，灵魂。Skip to my路，知道吧？因为所有的爱情，他们的根源就是性嘛。哇！那你这个又你这个未来也化了。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液化了，未来液化了，开始讲液化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呀，啊，这谁说的？这个话谁说的？这个话是弗洛伊德说的呀。弗洛伊德是说过，梦是什么的示意？那就胡说八道。没有，他性格决定命运，有吧？胡说八道。他讲的是性，弗洛伊德性格不是性，不要讲性。爱情的本源是性，这个弗洛伊德，你百度一下就知道。百度，就伊甸园偷苹果嘛，就哎，大家百度一下有没有这句话？弗洛伊德有没有说过这句话？爱情的，我就说我们啊，被小刘扯远了呢。你让我说完好不好？好，我让你说，就是说这个思想的这个东西会传承。你在你可能在你的一生当中，你可能爱过一个女子，嗯，这份爱情，纯真的爱情，划过天际，对。啊，划过太空，对啊，藏在宇宙的深处，这不会是因为你死了，这一段思想就没了，这个念想就会消失的，会传承下去的啊，他就在天空中飘着，他就在天空中飘着，天上要飘、啊、如果多少亿的啊，如果是你把他这个想法装进一个漂流瓶的话啊，或许过了1000万年以后，有人捡到了这个漂流瓶，看到1000万年之前人就有。曾经有一个上港球迷小刘爱上了，他曾经爱上过明明，另外一个上港球迷啊，明明啊，这不就是永恒吗？哦，思想是永恒的，知道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回归到足球来说的话，啊，讲足球 啊，回归到足球来说的话，啊，就是你们不要认为这个百年俱乐部啊，我看不到就啊，你就说关我屁事，没关系，嗯啊。上海上港
势不可挡，这八个字会传下去的，传承下去啊！你只要像我一样，我教会我三岁的儿子，我告诉他，他会，他现在知道这八个字。我女儿，我四岁的女儿，一定今天出门的时候，啊、她跟我说了句话，我觉得很感动的。啊、她说：“爸爸，你要加油哦！啊，今天一定要赢哦！”啊、这就是一种传承，这个、兄弟们，精神传承，你知道吗？我有一天我高我翔哥死了啊，但是我的女儿会把我这种对上港的热爱，对上港的忠诚继承下去，对，那么她又会把她这种精神传承给她的子女，对，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怎么谈这东西干嘛呀？你们怎么谈的？懂吗？不是，不是，三哥是一叫百年俱乐部啊。我们如果即使我们这些老前辈，这个就是第一代球迷不在了也没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球迷的主心骨啊，对。对不对？我希望这种传承啊，在思想传承，在三哥群里的人告诉大家，三哥的群的名称叫什么？打出来，打出来啊！三哥群的名字大家报一下 啊, 啊，报一下。好，那等稍微等一下，啊、等一下他们会打的、啊。所以，我接下接着三哥的话来说，我就希望我们上港球迷不要因为看不到百年俱乐部就放弃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嗯、啊，要把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慢慢传给后面的新球迷，希望他们能够接力棒，把这个接力棒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当我们这个俱乐部到一百年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出现在上港的荣誉室里，至少我们的照片或者我们的故事，对吧？我们曾经有这样一个节目叫上港球迷客栈，对啊，可能一百年以后人家觉得这个很可笑嘛，两个人要用这种形式，完全不需要用这种手机来直播嘛，对吧？有更先进的这种方式来交流了，人与人之间，就像以前没有 QQ， 没有这个人是打电话的，现在可以用这种网络了，对吧？一百年以后，人们觉得哦，在上港队刚刚建成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个节目，啊，大家是用手机的这种直播的形式，啊，也给它传承下去，我觉得也是很好，很好的一种传承，也是我们足球球迷的一个历史，对吧？大家也可以来。成为这个球队历史的一部分。我因为我也去过什么，我也曾经参观过马竞的球场，他的那个新球场翻新过的嘛，原来是一侧看台，后来变成一个环形看台。在马竞的这个球场里面就放很多黑白的照片，就是他们球队历史上的曾经的这些著名的球员，他们说这些历史包括他们的球迷，很多的历史就是纪念，他永远会记住。包括西班牙人，我们知道他的21分钟，对，球迷会站起来，不管是主队客队都会鼓掌。为什么？就纪念他们的队长。对，这个就是一种传承。可能一百年以后，他们还在21分钟鼓掌，那么就让你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要鼓掌，就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伟大的球员。这个就是传承。对，啊，我希望能够这样。这也是顺其自然嘛啊，一个俱乐部也都希望他能够成为百年。刘警官，对对，刘警长是不是这样？你的小孩不管是未来是和明明的小孩还是和其他的啊，我们三哥给你介绍的这个啊小孩，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对对对，私人问题啊 We are red 这句话永远记住，对吧？枪品已经有了，不要 red。怎么没人打字啊？我等半天了。来，我的群的名称叫什么？群的名称，可能你的群里的人都不在了。在，大脸猫，啊、大脸猫。这个啊，三哥等了半天了。啊，小张，这个群的名字给打出来。啊，我们三哥群的名字。这个呢，我就想着，其实呢，不只是在足球。三哥，你的群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我都不记得了。啊。你的群叫什么名字？皇家西班牙人什么？不是，看一下。嗯。啊，我知道了。啊，这个不仅是，我知道了，啊、八个字。啊，这不仅是你群里的人可能都不在。在的。对，可能睡觉。啊。可能是有他们有可能。三哥群的名字叫什么？快点打出来。啊。啊，快点。啊，都不理你，你看，两个现在15000个人是谁了？啊，都不是全国群，你的群里只有200人呀，啊，对，人家都不在你群里啊。那15000个，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哦，再打了呀，打了呀，啊，打了呀，哦，打过了，啊，打过了，我看看，我都不相信你群里面，我看看，你这个群叫什么群？怎么没看到？没看到嘛？没看到，没看到，看看没有没有的？没有看到，
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申花球迷也是一种传承啊，我们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这都一样的，这个都一样的啊。希望就是红蓝都能够传承下去，对啊，把上海德比也传承，就像也传承个啊传承个百年啊，五百年都可以。我们今天就差一点，就是台上我来报一下吧。你这个群的名字我知道的，叫红色信仰伴你前行。对。八个字，红色信仰伴你前行，就是我，这就是我啊，做上港球迷的理念都在这里。什么理念？就是什么，把我们的这个信仰传下去啊、哦！你们也可以把我叫成上港的邪教分子，没问题，没问题。在申花球迷的这种思想的传承，我绝对是敲大拇指的。你那要叫做邪能神了啊！红色，我记住，我们的是红色信仰，嗯，申花的是蓝色信仰，嗯。对啊，都要传承，往下传，一代一代传下去，要传下去的，传下去、嗯，不只是在足球层面，包括我认为，包括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的，对对不对？我们生命是有限的，就每个人，啊、我也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你除了工作生活以外，你还要有一种精神的寄托，也要有一种信仰。对，一个人最可怕什么？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是。等于说魂不守舍的，就自己没有追求，没有目标了。我们长大成人了，对吧？我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的话，我们呢懂得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但是呢，我们呢展望我们的后半生呢，我觉得呢好像已经太晚了。我们懂得太晚，我们了解很多东西、很多知识、很多经验太晚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传给我们的后代。嗯，这个。就是让它传承下人类文明的火炬，对，对吧？把自己做人的理念啊，做一个正直的人，去告诉自己的孩子啊，做一个有信仰的球迷啊。你如果是我的小孩，我肯定要告诉他，对，你要怎么做一个上港的球迷，去热爱你的球队。除了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以外，好好抚养子女以外，你还要有一种。信仰有种寄托、嗯、对不对、嗯、我觉得做球迷是一个你球迷会转变但你如果说你有信仰的话那你想啊现申花球迷对吧三千始终的时代他们也挺过来了这三千个人应该说是完美的对不对在至少在信仰这个层面在成绩最大的时候没有离开、啊、他没有离开啊总有人会留下来 对, 对不对有可能将来某一天上港的成绩哎踢死个啊有可能但我相信我们的主场肯定有球迷会在的，对对，肯定有的。我活着肯定在啊，肯定有的。嗯，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太去担心这个东西，你只要去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啊就可以了，对吧？我们的这个势不可挡，我们的生成大能量，未来大无穷，生成我们的干死申花、啊，把这些东西传下去。嗯，对，这也干死申花也要传的。对对也要传下去啊！要让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后进的球迷知道我们的死敌是谁，是申花、啊，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啊！对 对, 对，这没问题、啊。在竞技体育层面，他是我们的死敌，这没有问题、啊。竞争对手啊，竞争。当然，在生活当中，你没必要是因为这个人是申花球迷，我要干死你，对对对这个没有必要。在球场上啊，这没有。在球场上，这个对，没什么客气的。这个就是球迷文化，对不对？对。啊，皇马、巴萨、马竞这么多年了，嗯，他们一代的球迷不会说，因为是一个城市的，他到最后马竞、皇马一起助威了，这不可能的，对吧？那今天快四个小时了，强哥，对，大家都蛮嗨的，现在还有一万四千人，四千人，我们平时转播就两千人啊，对，今天好像也没有啊，两千人已经很遥远了。刚刚开始说的，后面都反正我人最多的一次是打恒大，一万两千人，没有打恒大最高到过一万六千人啊，一万六千人。但是今天是最高达到两万人，嗯，又破了一个新纪录啊，嗯，而且刚刚三哥一说了，说什么我们两个不直播就要输球了，现在球迷都急了，你看人家说继续不要停，怎么办？也很累了，下次再继续直播吧，三四个小时啊。但是下次的话，可能三月六号可能不行。三、啊、月六号不行。那我们就等。那么再下一场是跟谁？苏宁。跟苏宁3月8号。又跟江苏。9号。3月9号。对吧？我们到时候可以请江苏球迷一起。对，我们上次去南京的时候，苏宁球迷请我们吃饭。
对对对，他们的会，江苏球迷真的很热情啊！你看左边贴的也蛮出来一个。那因为啥么呢？因为今朝是礼拜六啊，正好大家呢在休息，没事体做。今天呢，这个球呢，第一个呢，因为上海德比，对不对？那然后的话呢，我相信呢，不只有上港球迷，也有部分申花球迷也在看，对吧？嗯。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呢，大家呢已经饿了很久了。嗯。啊啊，很长时间没看球了。啊，没很长时间，就是上港球迷还好，对不对？那么全国球迷的话呢，上港球迷是吃了个垫垫肚子啊，这吃肚子。申花球迷是饿了三个月了啊，结果没想到还是饿了没想到搿今朝还没吃饱，所以还要回头看看还吃饱了。啊，我觉得还蛮好，因为三个人讲的，我觉得他分析的对，特别是对申花队的这个打法也好，这个分析的是非常到位的。他今年的申花防守变成大问题，以前他是防，攻弱守强啊，在今年他妈的攻嘛也防守都扛不住了，防守又不行了。哎，这个再看三场好吧？如果申花还是这副屌样，今天赌今年赌灵不灵？有可能要保级啊，有可能要保级。要报价，刚才不是说了吗？开始嫉妒了。武汉，对吧？我讲最好降级，降级我们就是上海滩老大。不要说的，不要说。那也不能这样，啊，完全降级也不行。深圳的话，他刚进入中超，要看他挺得过去，挺不过去。如果他刚开始的几年能够坚持一下的话，那可能他就是。深圳，我觉得他一上来第一年应该不会降级。我觉得危险是谁啊？天津天海是吧？啊，天津天海就算了。天津天海啊，还有谁啊？危险的。那个重庆啊，重庆我觉得都还好，蒋立章应该河南建业，哎，河南建业不会讲的，这危险的就是天海，里面再找一个天海，今年是我估计是多多丁丁讲，对吧？他不降他也解散，你看第一场就0-3输掉了，你后面怎么解？你没听说啊？他不降他也解散，就是为了给这些球员付工资啊？对，他自己都没办法了，他自己现在慢慢到中甲、西甲的混，天天还估计是今年稳不稳起了，估计天海。那还有一个了，还有哪个？还不天津天海就是一个名额嘛，然后还有一个河南建业嘛，河南建业倒不一定，天津泰达到哪个？泰达有可能，河南建业不一定。我们现在太早了，太早，因为才第一轮还没打完。河南建业跟重庆这种球队，但是明天这四场比赛再看完的话，我是有经验，基本上这个中超的每个队都亮过相。对，我觉得一轮都还没看清楚，起码踢了两三轮。好，那么这样，我们这样就是看完前三轮比赛，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你别看，现在看降级区就行了。降级区还没。啊，现在降级区是倒数第一是申花，倒数第二是天海。你不要看了，他找一个球队。现在那个，现在那个看那个排行榜啊，倒数第二是天海。申花不能降级。申花要保级，要保级。申花不能，申花否则连六分没了。申花降级。申花降级会最简单的一个处理，上海市政府市足协会简单的处理，把两个队合并。哎呦，合并以后叫什么名字？鬼才知道。叫上海 FC。深港。上海 FC。深港。不是，没有申花上港。如果两个名字，要取一个，那留申花了。啊。对吧？他品牌形象嘛，就是，那不行，上海名片嘛，肯定要干。所以不要指望申花降级，不要港队上到，那你会，哎呦，真的是跟这港队，我告诉你，申花降级对上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点好处都没了。我不是讲啥，非要背着包灰吧？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不死不活混在这里，你66%啊，你是讲100%会病啊？不见得吧？啊，我告诉你，不病的话，嗯，他要这个牌子干嘛呀？不是要这个牌子，你不是上海人，你不知道。你不懂的，这个是上海情节。我们有上海人的情节，申花不是，就是这些，包括有一些高层呢，他也是希望会保留这个申花这个品牌，否则他早就去云南了。你高层的人都是40-50岁的人。朱俊本来要把这个队弄到云南去的，那为什么副市长这强五虎吗？啊，不是五虎吗？啊，五虎队，五虎，对对对对，五虎五虎五虎申花，对的，你讲的也是有道理。他怎么安徽有球队啊？对啊，为什么就是他不让申花出去啊？你对吧？你这个，如果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有可能不是什么合并啊，没有什么合并，那么然后呢，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什么？他降级了，他要奶吃了，他要人了啊，他要了，你给我补强啊，我得从上回来吧。那你上岗把年轻球员买给我啊？你有没有人是靠你生花，靠你自己的赞助商？那不是，哦，你这个，哎呦，这个话，不谈了，你知道功不可没，你知道了。功不可没，这个故事知道吧？这不谈了。啊，你这个就不懂了，这个里面复杂了，复杂了啊！阿拉不讲了，好吧？
啊，差不多，今天我们也三个也差不多四个小时了啊。今天该进行的嘛也进行，该聊的嘛也聊了。我们这样，我们中超大幕已经拉开，拉开，对不对啊？站岗新一年的征程又开始了，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头啊，就跟去年一样啊，去年八比零，去年八比零，今天是客场打个对折，就今天是客场四比零，对吧？相当于主场八比零啊，相当于主场八比零啊，这样的客场相当于主场八。但是呢，我还是要说的，我希望呢，大家呢跟我保持一样的心态，今年这个球啊，看了爽就行啊，对对，就是说。要求不要太高，要求不要太高。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对对对，为什么后面的上港的球会越踢越好？我现在来表达一个真实的观点啊，跟平时说的不一样。为什么会越踢越好？会啊，我相信上港后面的球越踢越好，因为上港已经远离了就是非赢下一场比赛不可的时代，已经把心态放平了。你就看现在的打法吧，稳的一逼啊。稳的一逼啊！就是我又没有一定要赢了啊，我就排五后卫跟你玩，怎么样了？你慢慢玩，我守得住。我操，上港一打反击，谁吃得消？最怕的就是上港打防守啊！对，这个球，这个我们直播早就说过这个观点。对啊，上港如果是打防守的话，翔哥知道的，我早就表达过这个观点。最怕强队打防守，斯卡贝翁弱队跟强队打，然后强队呢来了个缩在后面不出来，放弃。那洛队他妈六神无主，他不知道怎么跟你玩啊！就跟今年的他攻也不好，守也不好，就跟世界杯法国队一样，难看吧？啊，功力吧，功力啊，功力吧，啊，太他妈功力了。那么人家赢球了呀，冠军拿到了。今年的比赛有点看出来吧？所以就继续说，2017年、2018年我们倒霉的什么？你们看啊，就非要拿一个冠军。为什么他们大家都说上港掉链子啊？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到了每场都要赢，到了关键的那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不行了。对对对，三线作战啊，对浦和啊。啊，对申花、啊，对吧？这一场比赛你对鹿岛鹿角啊，对鹿角啊，就是什么，上港要远离这样的日子，对不对？你我像今天这种轮换就很好啊，就是浩克不上嘛。我们上港的在足球世界里面的，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是根宝的足球思想，就什么？就是享受足球，就成绩不是第一位啊，对吧？要出人才，对，要出球星啊，这个是关键，我觉得。我们上港慢慢是在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啊，就是说踢的每场球啊，就是说是在享受足球的内容，是在享受足球本身。其实我觉得三哥，就从今年这个第一场超级杯以后开始，我觉得球员就感觉啊，他们非常在享受。对，你看他们脸上啊，以前都是很严肃的啊，很紧张的。你看他们现在踢球的时候，都脸上好像面孔在抽筋哦。哎，现在你看他们踢球是脸上是面带微笑，好像。很沉着于胸啊，很稳，真的就像三哥说的，稳的一逼。今天包括今天德比，没有一个上港球员啊，五斤很落筋啊，平时老没空呼气是，没有的，吵架也不吵，那相反的，申花球员有躺在地上的，过去拉一下，拉一下，安慰一下，就什么，就是这个哟，兄弟啊，侬还不要五斤很落筋嘞，啊，4-0嘛，可以往上8-0对吧？一到位就这个似曾相识。就什么，就是2013年的、2015年的恒大就这样子。哦，那个时候就这样。哎，这不是大气，大气。啊，就把它扯，这逼人，哎，要弄了一样子那样。对，就他要砸了，就是不是我这种。三哥讲到这句啊，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三哥2013年到2015年，我们去恒大远征啊。恒大是什么态度啊？到国外什么，你只能带一根横幅啊，不能带古什么旗帜。恒大说什么？随便来，你不要申报的啊！你有多少旗帜带多少旗帜，有多少横幅带多少横幅，你要来多少人来多少人，人家大气啊！你来好了，你哪怕横幅挂满，你也输的。这个就是老刘，这个就是曹孟德。哎，怎么又讲到曹孟德？哎，当然你不要你侬老刘你要占一块地，你占人家没事，让你啊，这个城给你啊，你给你一层。啊，又怎么样呢？哎，你能成王朝？天下都在我手里。你想开启一个王朝吗？啊，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天下都在、啊、上港也要步入这种模式。对对 对, 对啊，包括后面对恒大的比赛，也要这样子，没所谓。哎，我就让你赢一下又。三哥，我今天讲一个细节啊，可能你电视转播里没有看到啊，就是比赛结束以后，嗯，球员谢场以后，刘瑾看到了。那个张敏董事长，嗯，来谢场，嗯，然后谢完场以后，他转身过去了，嗯，然后我们球迷就开始喊，我们喊，
张明母子，嗯，然后他马上说不不不不不，马上他是这个动作，不是他是背对着球迷，然后说不不不不不这样，背对着球迷这样，没有肖哥，你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啊、他叫我们坐下。啊、哦，就让他低调，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是跺踱着方步，嗯，我从来没看到是这样的，就踱着方步这样跺悠悠，一步步一步步的，嗯、很胸有成竹走上去了。嗯，我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俱乐部，包括我们这个球队，去过世纪公园跟张敏握手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心态的，嗯，对吧，翔哥？对对对。去年时候，张敏自己的脸也很抽筋。就是就是什么？就是感觉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是一切尽在掌控，云淡风轻的感觉。就像你要唱金喜羊，就踱着这个方步，一步步走上去。相反，吴晓辉就是那五头苍蝇开始，哎呦，哪能办？哎呦，弗洛雷斯啊，今朝哦，马上看贴吧，申花球迷哪能讲？哦，申花球迷讲要李帅，明朝快点到姚门将。再一看，哎呦，弗洛雷斯不来塞，快点请吴金贵，哪能办？下对战哪能弄？那就六神无主。这就是差距。上港上港球迷没事干，明天白天的话可以看看申花贴吧啊、哦。这个今天晚上已经在看，已经在看了 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贴吧里向申花球迷啊，会的出主意。贴吧教练，贴吧里向么申花球迷啊，这十七八搭个闲话侪有啊，晓得吧？他真这批申花球迷真心不能代表申花精神。嗯啊，为什么？他这瞎讲不讲的呀？瞎讲的啊，瞎不得。都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啊，那瞎讲瞎讲不讲。你们还到俱乐部微博下头去留言啊？吴金贵滚蛋！吴金贵滚蛋！实际上吴金贵倒真的蛮好，至少帮侬弄到六到八名，而且老早一个曼城的我觉着也蛮好，帮侬打到第四名，三票，这山看着那山高，弄着佛罗雷斯啊，还不是这样，还不是一样，几多图啊出来了？这八个生活我觉得这个佛罗雷斯、啊、对吧？和以前的那个吉洛，或者是那个还有一个叫波耶特，可能。水平差不多，但是我要讲一句，嗯，其实波耶特是他们近几年除了曼萨诺以外比较好的教练。一场比赛颜值过招，再看看，要看看。但是看三场，弗洛雷斯我给他三场的机会。我们佩雷拉、啊，我们佩雷拉去年也是后半程。哎，我说一件事情，对对我说一件事情，法尔球迷不要生气。那说响一点，听不见。他那个还没开赛就训练自己鬼上，啊、他的更衣了。哦、啊，就自家只脚断脱了。踢比赛一个敲脚，就是弗洛雷斯。根本是老美啊。哦，有个，个就是运道，三哥说的运气啊，啊就还刚刚报道还没有正式开工了，自己脚断了，这个东西有点没的。有些人可能不信这个命，这句话，不相信，我这个人很相信命运的。哦，我这个人说的有觉得我小时候可能读书还是考试，有的时候发生一点小的事情，哎，没发生很正常，我这次就考了好。对，心理有点影响，有点暗示，我觉得。所以他不敢主动追求明明，啊？为什么？这个、因为他会安慰自己，啊，搿明明明想就勿是我，啊，因为这个进步性蛮好的。又说到这个事情，我们说的是弗洛雷斯又。好了，今我觉得你今天直播快点结束。好，今天到我了。啊，今天谢谢小楼的那个啊，还能拿出来？那再展示一下，再展示一下。啊，1900年成立的这个叫啊。西班牙语再说几，明天 Vesca Espanol Vesca Espanol Mucho gracias Mucho gracias 明天晚吴磊加油、明天比赛是几点了？晚上八点明天明晚八点继续、关注吴磊啊，看吴磊啊，吴磊啊，八点钟排上趟是半夜四点钟，超级杯凌晨看得来是五开六钟，明天八点呢、大家别忘记看吴磊要进了，吴磊进球了，看吴磊 啊，明天晚上巴拉多利德对吧？巴拉多利德主场的客场，主场，哎呦，这机会来了，对吧？机会来了，比赛有主场巴拉多利德 啊，好，那么这样，我最后还是说一句，请大家怎么，我们15000个球迷还在看，请大家下载一直播，然后关注我们这个平台叫上港球迷客栈，我们下一场呢看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跟三哥连个线；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就下一场跟江苏球迷，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连个线。哎，对，因为江苏我也认为是个非常强的对手。对，是的，对吧？我们是长三角的兄弟嘛。是的，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也不早了，整整4个小时了。哎，对，好吧，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啊，上港球迷客栈啊，不管是申花球迷啊、上港球迷啊，或者是。江苏球迷也好啊，其他广恒大球迷也好啊，国安球迷也好，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场比赛结束，上港队的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直播，
啊，第一时间给大家直播，然后分析一下比赛，然后讲解一下。啊，三哥有空的话，他肯定会尽量的，嗯，对，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直播。对对对，好吧。那么今天直播我们就到这里，不见大家早点休息啊，晚安啊，三哥。好好，大家拜拜啊，晚安晚安晚安，辛苦了辛苦了。三哥这个手机现在基本上也不烫了，后面这个冻豆腐其实化的差不多了。好，我们就这样啊，关了关了关了。